第一章，他重生了。盐城深夜的海浪拍打在礁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浑身湿透的苏雾呆呆地坐在沙滩上，望着眼前一片漆黑的海面，脑袋里乱哄哄的。怎么回事？他不是在修仙界与魔王大战七七四十九天，最后同归于尽了吗？为什么一睁眼他就出现在这？钱多多，你还在不在？苏雾蹙着眉，冷声呼唤空间里的凤凰。钱多多却毫无反应。难道凤凰为了他和魔王？苏雾心中一痛，试图尝试运功，周身灵力。 却如同泥牛入海，丝毫没有任何的反应，百年修为也没了。黑沉沉的夜色中，苏雾脑袋忽然一痛，一股完全不属于他的记忆强行钻进他的脑海。他缓缓闭上双眸，再睁眼，终于理清了眼前的处境。他重生了，重生到了现代世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身上。女孩跟他同名同姓，就连相貌也是如出一辙。原主家境普通，却因为父亲曾救过盐城首富顾家掌权人一命，还断了一条腿，被顾家掌权人大手一挥，送进了盐城最好的贵族中学。 还让他的儿子顾延之好好照顾他，照顾也就算了，顾家掌权人还有意无意的想要撮合原主和顾延之。顾延之知道后，就开始对原主心生厌恶，只觉是原主在捣鬼，妄想乌鸦变凤凰。不仅没有照顾原主，更放话出去，让原主有多远滚多远。本就对原主各种看不惯的富家子弟们，越发变本加厉的欺辱原主。可惜原主本来的成绩也足够考入公立名校，甚至隐瞒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马甲，明明是天才，却还是硬生生被折磨成了重度抑郁。 最终跳海自杀。既然借了你的身体，所有的仇怨我会接手。海风吹拂起苏雾笔直黑长的墨发，带着股咸咸的味道，还带着一股血腥和火药味。苏雾眼底顿时锋芒毕露。这附近有杀手。很快，苏雾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枪声，抬起头，竟看到十个杀手正追赶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他看不清男人的相貌，却从他行走的动作中不难看出，此人已是身受重伤。若是没他的救助，这个男人撑不过今晚。可惜。 他不是救世主，更没义务拯救男人于水火。他的义务是现在该回家向原主的父母报平安。傅宴慈，别白费力气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否则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一群人跑到重伤男子身边，将男子围攻起来。领头的男人举着手枪对准受伤男子的脑袋，随时都会一枪毙命。被枪指着脑袋的男子抬起眼眸，不仅没有一丝的胆怯和狼狈，相反，那双狭长深邃的黑眸中闪烁着嗜血阴狠的寒芒。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拿了。男人嗓音低哑、啊。 透着股危险的气息，呵！敬酒不吃吃罚酒，找死！领头的人大喝一声，手指轻扣扳机，朝傅宴慈射出子弹。傅宴慈即便是身受重伤，也不是吃素的。只见他轻松躲过子弹的射击后，就展开了一场你生我死的肉搏战。打斗声在寂静的夜色中格外的刺耳，鲜红的液体四处喷溅，甚是骇人，任人看了都不敢靠近半分。就在此时，苏无目不斜视的路过他们身边，似乎在他眼里，压根就看不到眼前这场血腥的画面。 更是没有受到半点惊吓。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脚步，低头看向被一滴血染红的衣裳，不动声色的脸上露出了杀伐凌冽的寒光。“你们弄脏了我的衣服！”苏雾淡漠的声音在嘈杂的夜色中骤然响起，带着丝丝的寒凉，硬生生的让所有人停下了打斗的动作。傅宴慈紧蹙起眉头，沉声开口：“还不赶紧跑！”他就没见过这么胆大包天的女人。十名杀手都是精锐中的精锐，部分人手中的枪齐刷刷的对准声音来源的方向。一见来者竟是个柔弱的小姑娘。 一个个嗤之以鼻，压根就不把他放在眼里。见我们面容者死。领头男子发话，收到命令，有人立马将枪口对准苏雾，发射出一枚子弹。曾是军官的傅宴慈做不到袖手旁观，正想用身躯替苏雾挡子弹时，惊人的一幕就在眼前发生。只见少女徒手抓住飞驰的子弹，轻飘飘的抛出，顷刻间化为最锋利的暗器，狠狠扎在那人的眉心，将人击倒。众人惊诧的瞪大眼睛，完全没想到这娇弱的少女居然有这等身手。见过别人徒手抓刀。 就没见过有人徒手抓住子弹，而且还是发生在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身上。妈的，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将他们杀死！领头男子怒吼出声。苏雾冷笑，还没等杀手们有所动作，他已如离弦的箭般窜向领头男子，身形如风，瞬息而至，一掌拍向领头男子的胸膛，直接将人拍飞数米，撞断两棵粗壮的椰子树，恰巧撞掉一个椰子，狠狠的砸在男子头上，顿时鲜血狂流，已没声息。其余人见状，大惊失色，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该死！一起上！剩下的人冲上去，与苏雾和傅宴慈缠斗起来。砰砰，枪声不绝于耳，一时间硝烟弥漫，骨骼脆响，惨叫连连。苏雾和傅宴慈两人完美配合的天衣无缝，很快就将十个精英杀手杀个片甲不留。就在二人稍作放松之时，远处却飞来一枚子弹，飞速般朝着苏雾射来。苏雾眼神微凛，现在躲避已是来不及，他唯有尽可能的减少伤害。却不想一道身影替他挡下了子弹，子弹飞快没入傅宴慈的后背。 高大的身躯瞬间倒在了苏雾的怀里，苏雾怔了怔，单手抱住昏迷不醒的傅宴慈，以免他摔倒在地，加重第二次伤害。他没想到这个陌生的男人会替自己挡下子弹。一想到未知方向竟还有人搞偷袭，此刻的苏雾浑身浴血，整个人犹如地狱罗刹般令人可怕。他冷漠的扫视了一圈四周，眼神如刀子一样锐利，最终目光落在某一处，便能断定偷袭他的人就躲在那里。眼神羞的一冷，苏雾从傅宴慈身上掏出一把匕首。 毫不迟疑的朝着暗处射去，整一个过程都是快、准、狠，就将躲在暗处的敌人一招毙命。第二章金手指系统，苏雾之所以知道这个男人身上有匕首，还是抱着他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的。解决完这一切后，一米八八的傅宴慈被一米六八的苏雾轻轻松松的横抱起来。根据脑海中原主的记忆，苏雾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抱着傅宴慈来到了原主的秘密基地——一个无人会来的山洞。看在这个男人替他挡子弹的份上，他的这条命他就定了。来到山洞。 苏雾情不自禁的想起原主每次被校园霸凌完后都会来这里独自自愈的画面，眼神暗了暗。既然他霸占了原主的身子，就会替他报仇。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一个都别想逃。思绪拉拢，苏雾将昏迷的傅宴词放在地上，开始为他检查起身体。不把脉不知道，一把脉吓一跳。除了枪伤和其他外伤外，这个男人竟然还中毒了。此毒非常奇怪，以他精湛的医术，竟查不出男人中的是什么毒。苏雾不敢有任何的耽搁，眼下必须尽快处理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否则会危及到性命，尤其是枪伤。但以现在简陋至极的条件，没有刀具，又怎么给他把子弹取出来？难不成徒手啊？苏雾的眉头蹙得更紧，想着，要是他的修为在就好了，可以用灵力给他治疗。一想到他重生，修为和半生神兽都没有跟着过来，苏雾不禁叹了口气。叮咚，复活神兽钱多多，需完成十个任务恢复修为，需完成二十个任务重回修真界，需完成五十个任务。第一个任务生成中，给重伤男人做手术，并赠送超级大礼包一份。 请宿主接收。下一秒，苏雾的脑海中浮现出超级大礼包的详细介绍，原来是西医医术和各种各样的医疗用具和药品。耳边忽然响起的机械音，让苏雾瞬间有些恍惚。他紧紧皱起好看的眉头。宿主任务，脑海的记忆中，一本重生系统小说《傅爷的小妖精又飒又撩》里的剧情，竟跟他现在的处境大致相似。苏雾的心脏猛然漏掉了半拍。原来他不仅重生了，还附带了一个金手指系统。苏雾抿了抿红唇，不知是该庆幸。 还是不信钱多多还能复生，他还能重回修真界，这倒是让他挺意外的。如果能回到凤云大陆，自然是好，毕竟他可还没让那些人付出惨痛的代价。想到这，苏雾毫不犹豫的点了确认领取。一瞬间，各种现代西医知识不断涌进他的脑海，结合他在凤云大陆学到精湛的中医医术，苏雾的医术水平突飞猛进，媲美全球的顶尖医者。有了这些，他就能当场给受伤的男人做手术了。事不宜迟。 苏雾准备好各种手术需要用到的东西，就在这简陋的场所下开始为傅宴慈做起手术。有了系统送的金手指，加上苏雾聪明的头脑，缝上最后一针，这场手术完美的结束了。算你命大，遇上我。盯着男人俊美的脸庞，苏雾淡淡开口。不过话回来，眼前的男人是他两世里见过长得最帅的，身姿颀长，轮廓棱角分明，像是经过上帝之手精心雕刻而出，极致的好看。苏雾收回打量的视线，估摸着男人很快就能醒来。 正忙着收拾东西时，两耳一动，他听到了有一群人正往这个方向寻来，估摸着是来找眼前这个男人的。看来这男人身份不简单，这么隐蔽的地方，他的人这么快就找来了。苏雾深深瞧了一眼傅宴慈，留了张纸条，写上术后注意事项后，就消失在山洞间。根据原主记忆，苏雾走向回父母家的路上，即使走着，苏雾也没闲着。就在刚刚任务一完成之后，任务二也已经发布了。第二个任务生成中，月考排名班级第一。苏雾，她一个凤云大陆的逆天女帝。 让他去打架就算了，让他去考试。与此同时，山洞里，苏雾走后没多久，傅宴慈睁开锐利的深眸，他强忍着身上带来的剧痛，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山洞里，而且身上的伤显然都是被处理过的。思绪拉拢到枪战的最后一幕，他替那名女孩挡下子弹后就不省人事，眉心微微一动，难不成是他带他来的山洞，身上的枪伤也是他叫人来处理的？想到极有可能是他，傅宴慈下意识地寻找女孩的身影，可找遍整个山洞都没有发现女孩的踪影。这时，他隐隐听到。 洞外有人在呼唤他，傅宴词知道是他的人找来了。这里洞外的人听到傅宴词的声音，立刻冲进山洞。第三章，燕京太子爷为首的二人一见到傅宴词，顿时欣喜若狂。下一秒，众人跪拜在地上，异口同声：“傅爷，我们来迟了。”贺萧看着虚弱的傅宴词，神情凝重，带着一丝懊恼：“傅爷，对不起。”相比较为稳重的贺萧，萧云显得要激动些，眼眶通红，一副想哭不敢哭的模样，道：“傅爷，您不要死啊！” 您要是死了，我能不能在您的墓碑旁也住下？啪！贺潇一巴掌狠狠打在萧云头上，恨铁不成钢的怒骂：“萧云，你会不会说话？要是不会，滚回幼儿园重塑去！”贺潇一巴掌打得萧云懵逼了几秒，然后委屈的开口：“人家本来就没读过幼儿园。”闻言，贺潇嘴角抽了几下，这小兔崽子怎么这么欠揍？这二人相处的模式，众人似乎早就习以为常。见傅宴慈一直不说话，贺潇担心的问：“傅爷，您没事吧？我带来了医生。” 马上为您检查身体，不用麻烦。我的伤势问题不大。”傅宴慈低沉开口。见状，众人纷纷松了口气。“咦，这里怎么有张纸？”萧云弯腰拿起纸张，就听到傅宴慈冷淡的声音传了过来：“拿来。”萧云一愣，连忙将纸张递给傅宴慈，然后讪讪地摸了摸鼻尖。他怎么从傅爷的语气中，好似听出了一丝的兴奋？接过纸张，傅宴慈看着上面遒劲精致、带着一股傲气的字体，眸色瞬间变得幽深。好漂亮的字，一笔一画。 无不透出他的任情自信。看完上面交代的术后注意事项，傅宴慈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孩瞬间充满了兴趣。她到底是谁？身手如此了得，着实让他刮目相看。贺潇，帮我查一个人，傅爷，不知您想要查谁？回忆起女孩那张精致的脸庞，傅宴慈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一个女孩，众人像是听到了什么令人震撼无比的消息。萧云一把抓住贺潇的衣袖，压低了嗓音道：“贺潇，我没有看错吧？傅爷是不是笑了？”贺潇也是一怔。 而后缓缓点了点头。傅宴慈，燕京太子爷，论实力，无人敢与其相提并论；论长相，无人敢比肩；论权力，谁人不敬畏三分？论财富，富可敌国，产业遍地开花。这是一尊不可撼动的神，一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一位尊贵无双的男人，全世界都怕他，自然想嫁他的女人依旧络绎不绝。可他偏偏对感情一片空白，从未动过凡心。眼下，他竟然主动说出要调查一个女孩。 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到底是何方仙女把高岭之花拉下神坛？苏武回到原主父母家，已是凌晨的十二点。双脚刚踏在院门口，就听到里边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哭声。透过围栏，苏武清楚的看到母亲林艳琴被父亲苏国明抱在怀里，他那宽厚的大手不断轻拍着他的脊背。林艳琴是个年约五十的中年妇女，她年轻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村花，嫁给父亲后，常年劳作，日渐衰老，已没了年轻时候的风韵。而苏国明比林艳琴大五岁。 为人憨厚老实，是个体贴入微的好男人。老公，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林彦琴拉着苏国民的衣袖，泣不成声。苏国民叹气：“老婆，人口失踪二十四小时才能报警，我们再等等看，说不定我们的女儿待会就会回来了。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同意沃尔去什么贵族学校上学。你看看他，自从去了格兰特林，成绩倒数就算了，性格也没有以前活泼了。老公，你说沃尔这么晚都不回家，是不是被学校里的同学欺负了？”听着林彦琴的话，苏国民心尖一跳，但还不忘安慰道。 不会的，老婆，你就别瞎想了。我们的女儿肯定是在哪儿遇到什么事情耽搁了，一整晚都不见苏雾的人影。苏家夫妇早已急疯了，他们联系过校方，寻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依然无果。看着心急如焚的二老，苏雾心中很不是滋味。前世身为至高无上的女帝，孤独百年的她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亲情于她来说只是奢侈。现在她重生到普通人身上，拥有了渴望已久的东西，这样简单却温馨的场景深深触动着她。苏雾微微勾唇。 爸妈，我回来了。林彦琴和苏国明听到熟悉的声音，抬头朝苏雾看去，瞬间泪水浸湿了眼眶。雾儿，你终于回来了！你去哪了？担心死我和你爸了。林彦琴拉着苏雾上下打量，见安然无恙，悬吊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苏国明也长吁一口气：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傻孩子，说什么话呢？快进屋。记住了，下次不管多晚，记得报备一声，免得我和你爸担心。嗯，会的。 苏家虽穷，却布置的很是温馨。三人一进屋，苏雾就被父母拉到沙发上坐下，两人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苏雾也很耐心的一一回答。林艳琴给苏国明递了个眼色，苏国明领意，轻咳一声后察言观色道：“雾儿，你老实跟爸妈说，你在格兰特林快乐吗？对对对，雾儿，你要是在那儿读得不快乐，咱就不读了，咱们立即转校。虽然现在高三是非常时期，突然转校变动会很大，可要是女儿在格兰特林过得不好。” 那他们宁愿不去读了。苏雾看着父母担忧的脸庞，心中划过一抹温热。爸妈，你们放心，我在格兰特林很好，而且下次月考我有信心考到班级第一。真的吗？苏国明和林彦琴异口同声。嗯，苏雾肯定的点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乱安排了。但沃尔，你记住了，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咱尽力而为就好。尽力而为，当然。苏雾嘴角勾起。原主本身就很聪明，读书很用功，之所以成绩会下滑如此之快，是因为遭遇了校园霸凌，导致抑郁。 现在他重生到原主身上，堂堂凤云大陆的女帝还真怕了区区高中知识不成？苏雾跟父母还聊了一会儿天，父母仍旧对他晚归的事情耿耿于怀。苏雾再三向父母保证不会有下次后，父母才放他回了房间。万幸的是，在回苏家前，他重新换了身衣物，随意编织了一个理由，才没有让父母有所怀疑。苏雾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缓缓闭上双眼。他们很好，这个意识也很好。第四章：殴打成长儿子。翌日清晨，苏雾背上书包。 跑步前往学校。原主的这具身体跟前世的他相比实在是太差了，若是不加强锻炼，提高体能，将来恐怕难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每次原主返校都要坐半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达。苏雾跑步用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把苏雾累得够呛的。只休息一会儿，他很快就恢复了状态，从容不迫地往校门走去。格兰特林是盐城最好的贵族中学，教学质量极佳。就读格兰特林的学生。 一般都是非富即贵，像苏雾这种靠关系进来的穷学生少之又少。走进校园的苏雾穿着简单的白 T 恤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帆布鞋，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过五十，与周围光鲜亮丽的学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轻而易举的成为了众矢之的。他的出现引起了不少同学的注意，男生们眼睛眨也不眨的注视着他，女生们则是极度的盯着他。卧槽，这美人儿是哪家的千金？新来的转校生，他这身装扮哪像千金了？乡巴佬还差不多。 看着挺面熟的，好像是苏雾那乡巴佬。话音刚落，人群掀起了轩然大波。靠，仔细看还真像苏雾那乡巴佬。我去，苏雾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好看了？好看有个屁用，也遮不住他浑身上下的穷酸样。在格兰特林，苏雾是出了名的穷鬼，穿的衣服都是地摊货。厚重的刘海下是常年佩戴的黑框大眼镜，在人群中从来都是不起眼的存在。眼下，厚重的刘海和黑框大眼镜消失不见了。 露出本就姣好精致的五官，堪比娱乐圈的大明星还要好看。面对众人火辣的视线，苏雾始终淡然处之，丝毫没把众人的目光当回事。他单肩背包，双手插兜，一副高冷女神范，走路带风的，径直往教学楼走去。苏雾的这一变化很快就在学校里流传开来。高三一班，苏雾一进教室，便感受到大家投过来的视线。班上的同学都是一脸惊艳，我乐了个去，本人比论坛上的照片还要美啊！一名化了浓妆的女生酸溜溜道：“肯定是化妆了呗。” 现在的化妆技术堪比做了医美，不，我敢肯定，苏雾没有化妆。一名家中经营连锁医美医院的男生开口：“呵，就算他变美了又怎样？还不是农村里跑出来的乡巴佬，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吗？”偌大的教室里充斥着各种尖酸刻薄的言论，多数人都在眼红，唯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男生用邪恶的眼神盯着苏雾。苏雾全程无视了这些人，径直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就准备复习，盯着书中的知识。苏雾抿唇，要从倒数第一考到正数第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可偏偏就是有人想不开，要打扰他看书哟。苏大美人，今晚跟哥约个会，哄哥开心了，哥说不定就送你几套漂亮的裙子穿。说话的人是班上最胖的男生，他是盐城成长,长的儿子何楚生。何楚生用最胖的嘴说着最下流的话，惹得全体同学哄堂大笑。喂，顾言之，苏又被欺负了。坐在苏后面的宋子白忍不住戳了戳顾言之的胳膊，你看他现在变得这么好看，说不定就是为了你，你也不帮帮人家。顾言之抬起头。 目光清冷的盯着宋子白，声音淡漠的开口：“他的事与我无关。”他正要低头，突然就听到班上的笑声戛然而止，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只见苏雾三步并作两步的冲到何楚生面前，扬手，啪的一声，狠狠给了何楚生一耳光，吓坏了教室里的众人。一向唯唯诺诺的苏雾，居然敢动手打成长的儿子，真是活腻歪了，这胆子可是肥到爆炸。何楚生捂着被扇的脸颊，不可置信的望着苏雾：“你，你竟敢打我？打的就是你！” 多盖点土没事，别在我面前找存在感。苏雾冷冷的扫向肥头大耳的何楚生，似乎多看他一眼都嫌恶心。你找死！何楚生勃然大怒，抬手就朝着苏雾扇来。然而下一秒，苏雾猛地出手，反扣住何楚生挥过来的右臂，稍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何楚生的胳膊断裂。啊！剧烈的疼痛让何楚生惨叫不停，配上他的一身肥肉，整张脸狰狞的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厉鬼，看着令人毛骨悚然。顾言之意外，班上的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惊骇的望着苏雾，苏雾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他竟然废了何楚生一条胳膊，太凶残了！这可是成长的儿子啊，得罪成长儿子，可想而知，苏雾别想在盐城混了。班上的其他人纷纷退避三舍，生怕殃及池鱼，惹祸上身。你，你给我等等着，我找我爸妈过过来弄死你！何楚生痛的结巴的说完，便让人扶着他捂着断臂，仓皇逃离教室。苏雾懒洋洋的瞥了何楚生一眼，唇角微勾，勾勒出一抹诡谲的弧度。我倒是想看看你们怎么弄死我。 这场闹剧在何楚生离开后告一段落。见识到苏雾的厉害，班上再也没人敢惹他。苏雾也终于可以安静的看书了。全程苏雾都没有给顾言之一个眼神。顾言之看了看少女清丽的侧颜，皱起眉头，总感觉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在他沉浸式学习的时候，有人把吃瓜全程都发到了网上。国内最大社交平台上一条新的舆论热帖不知不觉顶了上来。警号报：苏雾穷鬼大转变，竟折断成长儿子手臂。第五章：进校长室。下午的自习课上，课室的喇叭骤然响起。 喇叭里传来曹校长严肃的声音：“高三一班的苏雾素来校长室。”“高三一班的苏雾素来校长室。”“高三一班的苏雾素来校长室。”正在写奥数难题的苏雾笔下的动作一顿，在众人幸灾乐祸的注视中，淡然的起身离开教室。他这一走，其他同学再也不淡定了，纷纷结队跑去校长室看热闹。来到校长室门口，苏雾就听到屋内传来激烈的质问声，以及校长不断讨好的声音。苏雾眼神清冷，直接推门而入。格兰特林的这位校长不配他礼貌对待。一踏进门，苏雾便看见。 校长正哈着腰，谦卑的对着一位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男人，以及一位全身珠光宝气的贵妇，而被打了石膏的何楚生则是坐在他们身边，一副傲人寻仇的模样。看来他对何楚生下手还是轻了。校长室里的几人一见到苏雾的出现，顿时面露厌恶的神情出来，尤其是何楚生他们，眼光落在苏雾身上时，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一般。苏雾对他们的目光熟视无睹，走到校长面前站定，面色清寒的望着校长，不知曹校长找我有什么事。何家人一听苏雾的语气。 立刻变脸，盐城城长何鹏毅冷嗤：“曹校长，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这般目中无人的吗？进来都不会敲一下门？”何夫人叶娥尖酸刻薄道：“瞧这素质，估计是死爹死妈没父母教养的野孩子。”听闻此言，苏雾冷眸微眯，杀意瞬息而至，周遭的温度急剧降低，令人不寒而栗。他身形陡然掠到叶娥跟前，抬手抓住她的脖颈，将她提溜起来，阴森森地威胁道：“再说一遍试试，你放手，放手！”叶娥吓得面如土色。 浑身颤抖不止，双脚乱蹬，拼命挣扎，却怎么也着挣脱不开苏雾的钳制。苏雾的举动惊呆了所有人，万万没想到他胆大包天道，道竟敢动成长夫人，他不要命了吗？放手！何鹏毅看到他的夫人这般被欺负，整个人怒不可遏。苏雾欺负他的夫人，相当于在打他的脸。想他堂堂盐城的城长，哪个不把他当神供奉着？何曾被人如此羞辱过？羞辱他的人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黄毛丫头，简直岂有此理！曹校长看到这惊为天人的场面。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他管理的学校里怎么会有如此嚣张狂傲的学生？简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一想到何夫人要是出了事，他这个校长估计也要当到头了。见苏雾一直不曾松开钳制何夫人脖子的手，曹校长咆哮：“苏雾，我警告你，赶紧松手！你这么做是犯法的，报警！快让警察局的人过来！我必须让他坐穿老底！”何鹏毅愤懑道，吩咐他的儿子立刻报警。何楚生看到他的母亲被苏雾这样欺负，心疼不已，当即报了警。听到报警。 苏雾这才想起，这个世界是有王法的，不能杀人放火，不然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这里不像修真界，修真界人命如草芥。既然他在凡尘俗世，还是要遵守一下这里的规矩。他虽然不惧，但也不愿惹麻烦上身，更不愿看到他的父母为他担心。苏雾收敛了几分气势，缓缓松开手，将叶娥重重扔到地上。叶娥被摔得七荤八素，捂着脖子剧烈的咳嗽，差点，差点他就要去见阎罗王了。该死，苏雾是吧？他绝不会让他好过。 叶娥恶狠狠地盯着苏雾，眼中闪烁着阴狠的光芒。何鹏毅连忙走过去，将他的夫人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休息。下一秒，他冷着一张脸，冰冷的声音响彻整个办公室：“曹校长，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处置方法，否则你的校长职务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曹校长额头冒出冷汗，连忙点头称是：“成长，请放心，我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成长下达了死命令：“要是他处理不好苏雾，他的校长位置也别想保了。”见状，曹校长冷着眼看向苏雾：“要不是他……” 他也不会被成长威胁陷入如今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他冷声开口：“苏雾，赶紧给成长一家跪下，赔个不是。”为了能让成长一家气消些，苏雾不跪也得跪，凭什么？苏雾冷言挑眉：“凭什么？苏雾，你别忘了，是你殴打人在先，道歉是不是应该的？况且成长日理万机，他今日抽空过来学校，就是想为他儿子讨个公道，你却二话不说就差点掐死何夫人，你居心何在？你这是在藐视法律，你还有理了？”听到曹校长这么说，苏雾扬起讥笑。 原来我的罪名这么多啊！何鹏毅冷哼一声：“哼，就算你认错，也已经晚了。你试图杀害我的夫人和儿子，证据确凿，我绝对不会姑息你。这牢狱之灾，你必须做。除非……”说到这，何鹏毅眼睛里迸射出一股阴冷之气：“除非你给我们一家重重磕头认错，或许念在这份上，我会考虑给你减免几年牢狱之灾。”苏雾耸了耸肩，似笑非笑的看着他，盯着苏雾这笑意，何鹏毅不知为何，心底突然涌上一股寒意，背后升腾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苏雾。 还不快给成长一家磕头认错！曹校长见状，忍不住催促。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原来是盐城警察局的赵警长接到电话，慌忙带着他的人过来了。一进门，赵警长连忙走向何鹏毅：“何成长，是您报的警，请问出了什么事？”何鹏毅没有及时回应赵警长的话，而是将目光落在苏雾身上，扬言：“赵警长是这样的，这位学生试图谋杀我的夫人和儿子，请赵警长务必秉公执法，将人拉进警局坐牢。”听到有人试图谋杀成长的家人。 赵警长立即警铃大作，他顺着何鹏毅的目光望去，当看到苏雾靓丽的模样时，微微怔愣了一下，旋即目光变得有些深沉。这女学生好眼熟，似乎在哪见过。突然，往事的一幕闪过赵警长脑海中，记忆里的面容与眼前这名女学生的面容重合在一起，只不过少了厚重刘海和黑框大眼镜的遮挡，露出了本就姣好的容颜。是她。第六章证据资料，赵警长认出了苏雾，苏雾就是当年帮他们警队破了一桩大型案件的女孩，凭借着高超的电脑技术。 协助警方捉获了一伙穷凶极恶的暴徒。当时的他只有十四岁，别看年纪小，电脑技术却已经极为惊人，堪称一流，轰动整个警队。这样一个善良、好看的女孩，当时连报酬奖励都不要的人，会是一个杀人犯？赵警长显然是不相信，直觉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苏雾盯着赵警长，从他的眼神中足以看出，他认出了他。就是不知这位赵警长面对上一层的施压，是不是真的如传闻中那般大公无私、公平审判？ 赵警长并没有当场就急着和苏雾相认，而是转眸看向不远处的何成长，假笑道：“何成长，您也知道，我们警方办案是讲究证据的。若是真如何成长所言，我们警方定会全力配合，绝不让嫌疑犯逃脱法网。可眼下无凭无据，就让我们警方将人逮捕坐牢，这恐怕是有失偏颇。”闻言，何鹏毅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一脸阴森：“赵警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在质疑我和某说的话？”呵呵，赵警长皮笑肉不笑：“何成长，您误会了。”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警察办事都是以证据说话。何成长，请放心，若这位同学当真有杀人嫌疑，我是不会放过的。苏雾对眼前这位赵警长的所作所言，确实有些刮目相看。果真如传闻中的那般公正严明，没有被迫上层压力就判他有罪，更没有像曹校长那样还未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怕影响他的仕途就直接让他磕头认错。可见这赵警长是个好的，那他手中的东西或许可以交到他手上。 此时，在场无人知道，一场风暴即将掀翻整个盐城，将会重新洗涤盐城的黑暗面。面对刚正不阿的赵警长，何鹏毅冷哼一声：“哼，要证据是吧？尽管去查。整个校内都知道苏雾是怎么殴打我儿子，是怎么差点掐死我夫人。不用查，我承认。”这时，苏雾的声音冷不丁的响起，惹得在场的众人颇为震惊。万万没想到，苏雾竟然承认他有杀人的倾向。你，赵警长眉头紧蹙，满脸不敢置信。何鹏毅则是哈哈大笑，一脸得意。赵警长。 你看看，他都承认了，这就是证据，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抓起来！苏武勾唇，侧目看向何鹏毅的眼神掠过戾气。我是承认殴打他们，但又没承认想要杀了他们。况且我都是正当防卫，为民除害。话落，他抬脚走上前，双眸直直的盯着赵警长。赵警长，我这里有一份关于何鹏毅一家犯罪的资料，不知赵警长可有兴趣？哗！苏武的话如同平地一颗炸弹，全场喧腾，集体震惊。苏武，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 曹校长冷喝一声，怒视着苏雾。苏雾只是一个高中生，他手里怎么可能会有何成长一家的犯罪资料？这怎么可能？赵警长也有一刹那的呆滞，但很快就反应过来，面容微沉。其实他们警方对何鹏毅早就有所怀疑，只是一直拿不出证据来抓人。今日要是苏雾能够拿出何鹏毅一家犯罪的证据，他们警方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苏雾，你你少血口喷人，你这分明就是诬陷！何楚生指着苏雾，如同猪头的脸上因为动怒。 而涨成了猪肝色。他的爸爸妈妈在盐城可是一手遮天的上位者，不可能会犯罪的。我是不是诬陷？这就要问问何成长了。苏雾淡淡开口，语调平稳，没有丝毫的波澜起伏，泛着凛然的寒光，却直视何鹏毅。何成长不解释一下吗？嗯。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聚焦到何鹏毅身上，何鹏毅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竟然脱离了他的掌控。这该死的小贱人！他确实是做了违法的事情，但他所做之事…… 都较为隐秘，没有泄露出半点风声。这小贱人又是如何知道的？不，他不可能会知道。何鹏毅万分笃定，随后他便收敛情绪，恢复镇静，故作深沉：“这位苏同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有权告你诽谤。”苏雾勾唇，声音微冷：“何鹏毅，你别装傻充愣了，你在背地里做的那些肮脏的事，到底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赵警长，苏雾的声音带着和他年纪不符合的沉冷：“我就等你一句话，只需赵警长开口，不徇私枉法。” 他便会把证据呈递。赵警长眉眼微动，没有丝毫的犹豫，点头：“那就麻烦苏同学了。苏同学需要什么，尽管出声。一句话足以证明，赵警长面对何鹏毅的官威不为所惧。”苏雾很是满意，嘴角轻轻挑了一下。只需一台电脑，在众人诧异的注目下，苏雾走到校长办公桌前，动用起他的电脑。他的手速极快，键盘被他敲得噼啪作响，一行行代码在键盘上跳跃飞舞，速度快到让人根本看不懂他在干什么，令人啧舌。见此一幕。 何家人脸色骤变，心中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似乎生怕苏雾真的会弄到他们的罪证，想要急忙上前阻止，又怕会引起警方的怀疑。叶娥不知何时悄然来到何鹏毅身边，只有二人听到的声音，低声道：“怎么办？这贱人该不会真的有我们的罪证资料吧？”何鹏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阴沉开口：“说不定他在故弄玄虚，我们先观察着，等这事过去，这个贱人必死无疑。”言罢，何鹏毅眼神充满了歹毒之色。苏雾不仅欺他家人，还妄想毁掉他的一切。 他岂能轻易饶恕？叶娥心中稍安，点了点头。但不知为何，她总觉得有些不妥。在和家人忐忑不安的等待下，在警方期待紧张的注视中，在吃瓜群众各种议论的猜测下，苏雾终于停下了敲键盘的动作。几乎只在瞬息之间，他便把一份视频和一个文件夹拷贝进了警方的邮箱里。他抬起头，脸上看不出情绪。资料已发给你们警方。这份资料足以让何鹏毅一家这些年的犯罪证据浮出水面。第七章逮捕归案。苏雾的话如同晴天霹雳。 轰隆隆砸向在场每个人的耳畔。看他的神情，看他疑似黑客技术操作的一幕，似乎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难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盐城成长一家的犯罪资料真的在他手上，被他扒拉了出来？可是他才多大，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怎么可能懂得强大的黑客技术？更不可能掌握到这么严密的犯罪证据。此时此刻，少部分人都在半信半疑，大多数人自然是不愿相信的。苏，<So, S 1> 你休要妖言惑众！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叶娥愤怒的咆哮。 全然没了身为成长夫人该有的仪态和端庄。哦，苏武轻嗤，似笑非笑地瞥了一眼叶娥，果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既然我是在妖言惑众，那你们到底在紧张什么？谁谁紧张了、啊？叶娥顿时恼羞成怒，眼神有些闪烁，心中慌乱得很。要不是碍于警方在场，她定让苏武知道什么话应该说，什么话不应该说，生怕叶娥一生气就会口不择言，说出不利自己的言辞。何鹏毅连忙上前拦住他：“先别激动，咱们光明磊落，不必与他争论。说吧”说罢。 何鹏毅朝苏雾看去，眼眸微眯，透着危险之色。苏雾，这里是盐城，我可是盐城的城长，不是你苏雾能撒野的地方。识相的就赶紧给我们道歉，不然你就罪加一条，诽谤。法治社会，像今日这种污蔑的罪名可大可小。何鹏毅以为苏雾听到他这么说，定会害怕，不想苏雾将何鹏毅和叶娥的神情尽收眼底后，嘴角竟扬起一抹讽刺的弧度。细听何鹏毅的话，还能听出威胁之意。这窝盐城的老鼠屎，要是不拔除。 盐城还不得被搅乱？苏雾神情淡漠，仿佛没听懂他们的话一般。赵警长有劳。言下之意就是，赵警长，你还不赶紧去打开邮箱看？赵警长领会苏雾的意思，没有迟疑，立即吩咐手下打开他们警局的邮箱。当即看到了里面的内容。大致看完之后，赵警长和几位警员的神情可谓是万分精彩，愤怒、不可置信、震惊，都在他们几人的脸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看着他们这副面孔，何家人脸色煞白，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不祥的预感。 从脚底直冲头顶，令他们的脊背发凉。赵警长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沉声道：“苏雾同学，感谢你为警方提供的这份重要的罪证。”话音刚落，赵警长的手向上一挥，随着他的指令下达，其他几名警员立即将何家等人铐起来。何鹏毅他们顿时就慌了：“姓赵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盐城的城长，官位比你的大，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叫我们铐起来？”何鹏毅怒声质问，脸色涨红，满脸的青筋凸起：“放开，快放开我们！” 你区区一个警长，竟敢对成长家人动手！我要投诉你，一定要投诉你！叶娥大喊大叫，一副要吃人的凶狠模样。啊！你弄疼我了，爸妈！呜、嗯！快救我！何楚生哭爹喊娘，疼得脸色扭曲。都给我闭嘴！赵警长冷喝一声，一股无形的威压散播而出。有什么话到了警局再说。想他堂堂一个成长，何时受过这等屈辱？何鹏一抗议，我要找我的律师，我要告你们，无凭无据就将我们一家子抓起来，简直太猖狂了！赵警长简直要被何鹏一不要脸的行径气笑了。 他冷笑一声，毫不留情道：“何鹏毅，我们现在严重怀疑你跟你的夫人叶娥涉嫌贩卖毒品以及走私军火与敌国合作，还有你们的好大儿何楚生强奸几位未成年少女，导致受害者跳楼自杀。你们包庇恶劣的行径已经构成犯罪，你们三位现已被我们逮捕归案，请配合回警察局接受调查。”在场的人听完赵警长刚说的话，纷纷倒抽了一口凉气，严惩这是要变天了。何家人不可置信的瘫软在地，一切都完了。事情的转变让大家都措手不及。 他们完全没想到，苏雾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仅凭他一己之力，便能让整个盐城翻云覆雨，将何鹏毅他们押回警局后，偌大的校长室只剩下苏雾、赵警长和曹校长。苏小姐，谢谢你再一次为警局做出的贡献，能找到和家人犯罪的证据，将他们绳之以法，实属不易。赵警长爽朗的笑声传遍角落，苏雾淡笑，神态悠闲自若，他不卑不亢道：“赵警长，言重了，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何鹏毅的势力遍布整个盐城，要是这次没有苏雾的出手相助，他们警局想要拿下他，也需要费一番周折。赵警长一向知道苏雾的黑客技术是非常了得的，之前见他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小女孩挺内敛的。可现在，他不由认真打量起苏雾，才几年时间不见，他浑身充斥股上位者的凛冽之气，油然而生。此女将来必定是个不凡之辈，不可小觑。赵警长沉吟片刻，朗声道：“苏小姐，这回你又帮警局这么大忙，我会向上头。” 请求嘉奖给你的，这回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不断的拒绝了。上次原主也是帮警局一个大忙，拒绝了任何奖励。苏雾想了想，点头答应。既然如此，那我也不矫情了。赵警长闻言一愣，随即哈,哈哈哈大笑，全然没料到苏雾这次竟会如此的爽快。与苏雾告别后，赵警长也抓紧时间回警局处理事务。而苏雾正打算回教室继续学习时，就被晾在一旁的曹校长喊住了脚步。苏雾同学，请留步。苏雾停下脚步，眼神清冷的看向姓曹的。 有事？面对苏雾冷漠的态度，曹校长一噎，但一想到后面的事，曹校长脸上立即堆积着虚伪的笑。是这样的，苏雾同学，你这次可谓是帮社会一个大忙，铲除了危险分子。我想，等你上了新闻，就会成为盐城的大红人。到那时，肯定会有不少媒体想要采访你。届时，你一定要在媒体们面前多美言咱们学校几句。还有，他顿了顿，再说，还请苏雾同学也要记得在媒体们面前给我这个当校长的一些面子，适当的美言几句。 只要苏雾同学乖乖听话，那么你在格兰特林之后的日子就能顺风顺水。不知苏雾同学可是听懂了？第八章调查苏雾。听完曹校长这番虚情假意的客套话，苏雾怎会听不明白他话中之意？他的眸底深不可测，只看得到最浅处藏着的冷光和一丝厌恶。苏雾淡淡的扫过曹校长，没什么表情的开口：“你配吗？”落下这句话，苏雾直接离开校长室，徒留曹校长脸色铁青的处在原地。曹校长气愤的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拂落在地，一屁股坐在办公椅上。 这个苏雾简直太嚣张跋扈了！他好歹也是一校之长，他都已经放下身段跟他说好话了，他居然还敢给他甩脸色看，真是反了天了！既然他不识抬举，那就怪不得他了。曹校长咬牙切齿的想着，于是拿起座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刚接通，曹校长迫不及待道：“陈老师，立马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此时网络风向也跟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本的热帖从苏雾穷鬼大转变，竟折断成长儿子手臂的帖子，转变成景浩京苏雾大逆袭。 仅凭一己之力帮助警方侦破成长一家犯罪大案，可想而知，未来几天的头条新闻都会是有关于成长一家犯罪的事件。至于苏雾，也将成为全盐城的热点话题人物。经过这次事件，盐城将会重新大洗牌。一个何鹏毅也将会牵扯出一系列人物和丑闻。另一边，贺潇拿着一份资料出现在高层的总裁办公室内，将文件递给坐在办公椅上的傅宴慈面前。傅爷，那位小姐的资料已经查到了，请您过目。带伤工作的傅宴慈从工作中抬起头来，他推了推金丝边框的眼镜。 藏在眼镜下的双眸深沉如墨，修长的手指接过文件，翻开。他不动声色地点下头：“嗯，先下去吧。”贺萧站在原地不为所动。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察觉到贺萧的犹豫，傅宴慈抬起眼帘看向他：“还有事？”被看穿心思的贺萧抿了抿唇，他掏出手机，打开一条帖子，放在了办公桌上，语气恭敬：“傅爷，您看下这条帖子。”傅宴慈扫了一眼屏幕上的内容，是国内最大的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热搜，标题写着：“景号金。” 苏雾大逆袭，仅凭一己之力帮助警方侦破成长一家犯罪大案。大致浏览了下帖子内容，傅宴慈紧蹙眉头。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利用一台电脑就帮盐城除掉一窝老鼠屎，确实挺厉害的。不过，这跟她有什么关系？贺潇让他看这条帖子的意义何在？傅宴慈斥责贺潇：“贺潇，是你最近的工作太闲了。”感受到来自总裁的威压，贺潇欲哭无泪。傅爷，您能不能先把帖子看完再考虑要不要责备我？傅宴慈有些狐疑，不知贺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还是耐心地将他看完。当看到最后一张照片落入眼帘时，傅宴慈瞳孔一缩，脸上闪过一抹惊讶和震撼。照片上的女孩一身孤傲，明眸皓齿，简单的装扮也能被她穿出气质出众的气场。面对周遭众多异样的眼光，她依旧面色淡然，毫不畏惧。居然是她，救他的那位女生。傅宴慈心中百转千回，而后竟无奈一笑。他没忍住，多看了照片两眼。原来她叫苏雾。她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他所不知道的？ 傅宴慈有些迫不及待地打开有关他身份背景的文件。苏雾，盐城溪水村人，今年十八岁，就读格兰特林高三一班，父母都是普通的农务。看着手上这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资料，傅宴慈镜片下的双眸微眯。这是他的真实信息，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傅宴慈将资料放回桌面，修长有劲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击着桌面。苏雾，他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眼神深邃，不知在思索些什么。片刻，他薄唇轻启，贺萧。 你可以通知情报处那边换人了。苏雾的背景绝不会这么简单，除非他有意隐瞒起来，不让人发现。贺萧闻言一愣，傅家情报处的能力在全球可是最强最大的，情报网遍布整个国际，不管政界、商界、军事界，还是黑道白道，只要是他们想查的东西，就没有他们查探不出来的。可眼下傅爷竟不满情报处的办事能力，这苏雾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顿时一阵无力感席卷贺萧全身。 正在格兰特林上课的苏雾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某个男人注视的猎物。苏雾今天闹的这一出，在学校里可谓是人尽皆知。以往人人能欺的苏雾，今日却成了人人避而远之的存在。放学时间，格兰特林大门口人来人往，豪车云集。苏雾目不斜视的走出大门，准备跑步回家时，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加强版稳稳停在了他面前。车门打开，走下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只见中年男子匆匆来到苏雾面前，恭敬道：“苏小姐，我们傅爷有请。” 苏雾秀丽的眉毛拧了拧，傅爷？谁？看着苏雾警惕的模样，中年男子笑了笑道：“苏小姐，您救过我们傅爷一命。”苏雾一怔，随即反应过来，那人口中的傅爷，估计就是他重生过来救过的那名男子。苏雾抿了抿唇：“他找我做什么？”中年男子摇摇头，表示不清楚。苏雾没再追问，直接上了迈巴赫。殊不知，他上豪车的一幕被有心人以刁钻的角度拍了下来。苏雾刚上车，才发现他救过一命的男子竟然也坐在后座上，他有些意外。 随后便恢复了淡定。傅先生，不知你找我有何事？车子很快驶离学校，平稳地行驶在路上。傅宴辞靠在后椅上，目光平静如水，自然是要报答苏小姐的救命之恩。苏雾挑眉，看着男人俊朗的面容，不知为何竟忍不住打趣道：“怎么报答？以身相许吗？”车厢中，男人狭长的双眸闪烁着错愕的光芒，显然是没料到苏雾会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番话。随后他勾唇轻笑：“苏小姐真是幽默风趣。”苏雾不置可否。傅宴辞继续说道：“苏小姐。” 我们谈笔交易如何？苏雾饶有兴致的看向他，哦，第九章赌石毛料。苏雾不知道傅宴词会和他谈什么交易，但从他眼中的精锐来看，这笔交易肯定不会简单。傅宴词竟卖起了关子，尽显神秘。苏小姐很快就会知道。苏雾不禁有些好奇，既然对方有心保密，他自然也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一时间，车内的气氛变得沉默，但这股沉默随着两人的安静不会显得尴尬，反而让人觉得舒适安逸，就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叮咚，触发支线任务。 请宿主在今天之内赚够一百万。脑海冷不丁的响起系统发布任务的声音，苏雾整个人都不好了。今天内必须赚够一百万，这系统玩他呢？这都快晚上了，让他去哪里赚个一百万？然而任务一旦发布，任务他就得想尽办法去完成，要不然他就没法复活半生神兽，恢复修为了。此时苏雾正愁着怎么完成这一百万的任务，整张小脸都垮了下来。余光注意到他的傅宴慈将他的表情收进眼底，莫名觉得有些可爱。他轻咳了声，向苏雾投以深思的眼光。 苏小姐是遇到什么难处吗？苏雾没想到傅宴慈会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动，微愣几秒后摇了摇头，没有。他和他不熟，没必要将心中的难处说出来。傅宴慈似信非信的嗯了一声，并没有再追问。车内再次恢复了平静，安静的仿佛刚才那一幕只是错觉。就在苏雾思考着怎么利用短短的时间内赚够一百万时，车窗外的景象渐渐变化，不久就抵达了一栋豪华的欧式建筑。这栋建筑建立在盐城最繁华的地段，一般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有机会进入。 平民老百姓想要进入这里，简直比登天还难。苏雾不解的看向傅宴慈，好奇他为何带他来到这里。见傅宴慈下车，苏雾也跟着下车。这里是跟紧我。”傅宴慈微沉的嗓音低低响起，好似暗夜里神秘的星空。他没有正面回应苏雾的话，而是直接领着苏雾来到大厅，便迎来训练有素的服务员带领着他们二位乘坐电梯刷卡来到了负一层。站在负一层的地盘上，苏雾不由自主的被眼前的一幕惊了惊。富丽堂皇的装潢中，精致的灯饰照亮整个楼层。 照射在每个人的脸上，把一个个架子上的石头照得闪烁着迷离的光泽。在场的人不多，却能看出都是一群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苏雾更是想不明白了，这些有钱人干嘛老盯着一个个石头看？难不成还能盯出花来？苏雾微蹙眉，迎上傅宴慈的眸子：“傅先生，敢问这些石头有什么好看的？这里的石头还没凤云大陆的灵石好看呢。”听闻他的话，傅宴慈正愣了一下，竟无奈的低低一笑，眸底深处不禁染上一抹宠溺，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苏小姐。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赌石毛料。苏雾有些疑惑地眨眨眼睛，赌石毛料又是什么鬼？傅宴慈没等苏雾问，就耐心地为他讲解起来。所谓赌石毛料，顾名思义，就是翡翠玉石。它在开采出来时，会有一层风化皮包裹着，无法知道其内的好坏，只有切割后才能露出真实的玉质，也就是翡翠。傅宴慈盯着女孩认真聆听的小脸，嘴角扬了扬。他看了下四周，随手拿起隔壁架子上的一块毛料，继续说教：“就好比我手上的这块毛料，切出的品种越好。” 价格就越高，反之，要么切出的品种差，值不了几个钱；要么切出一堆废料。苏小姐可听懂了？放下手上的这块毛料，傅宴慈眉眼上扬，戏谑地看着他。苏雾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神仙难断玉，一刀穷，一刀富，我算是明白了。”听到苏雾总结的言论，傅宴慈不禁莞尔，他的视线落在苏雾身上，语气透着丝爷揄：“你倒是聪明，竟把赌石场上的精辟都说了出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玩过赌石呢。”不过他非常肯定。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赌石，傅先生谬赞。苏雾也难得对傅宴慈勾起了笑容。他之所以这么开心，那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资金最快的来源，那就是赌石。只要他开出质量好的玉石，便能轻松赚到一百万。那这样，他的任务就能轻而易举的完成了。苏雾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赌石了。不过在这之前，他还得先了解一下赌石的玩法，以及玉石的品种、质量等。这时，他瞧见角落处置放了一排书架，估摸着书架上肯定摆放着有关玉石的书籍。 苏雾心中一喜，傅先生，我去那边拿几本有关玉石的书看下。不等傅宴慈回话，苏雾就已经向书架走去。傅宴慈正想跟紧他脚步之时，却被一个熟人叫住了去路。傅爷，真巧啊，你也来盐城赌石了。傅宴慈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身形挺拔修长，一双墨黑的瞳眸如鹰隼，犀利而锐利，浑身透出的气势与生俱来。他是燕京的太子爷，却极少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在上流社会也是极少数人知道他真实的面孔。 即便众人不知道他是谁，却从他一进场就被他身上那股尊贵的气息所吸引。看向来人，傅宴慈朝那人点点头。薛会长一时走不开，傅宴慈只好目送苏雾远离的身影。见他走到书架方向，才缓缓收回视线。苏雾挑选了两本有关玉石赌石的书，坐在一旁认真浏览起来。他翻书的速度极快，一目二十行，不到半个钟头就把两本很厚的书看完了，也把赌石的玩法和玉石的品种品质研究得一清二楚。 赌石除了实力，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他运气一向不错，虽不说是千里马，但也绝对算得上是良驹。至于实力吗？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灵气，品质上好的玉石，灵气会更浓郁。而他曾经身为一名即将渡劫的修真者，对于各种灵气的感知力极强，尤其敏感，能凭借这种感知能力辨识毛料中的灵气到底有多少。这赌石赚钱的方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专门给他送钱来的。苏武心情愉悦，嘴角微翘，眸中划过兴奋又期待之色。 第十章，请出示邀请函。苏武将书籍放回书架后，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显身手。他走到毛料区域，仔细挑选起合眼缘又有灵气的石头。翡翠是玉中之王，玉的品质好坏主要体现在种类、颜色和水头。一件高档的翡翠，往往离不开种水好。而翡翠的种类又分为很多种，有玻璃种、冰种、糯种、豆种、芙蓉种、白底青种、金丝种、黄翡种、老坑种。种是翡翠特有的品质术语，种好的翡翠数量稀少。 物以稀为贵，而翡翠的颜色是按等级划分，从高到低，一级翡翠、二级翡翠、三级翡翠、四级翡翠、五级翡翠、六级翡翠。俗话说，色差一点，价差十倍。等级越高的翡翠越是值钱，等级越低的翡翠颜色就越不值什么钱，平常人就可消费得起。所以，像等级最高的一级翡翠，颜色为纯正绿、祖母绿、翠绿等，色泽非常均匀，不淡，看起来艳润亮丽，自然价格高昂。至于水头， 指的是翡翠的透明度和水润程度。老话说得好，外行看颜色，内行看水头。水头是行内人挑选翡翠的重要依据。水头好的翡翠看上去晶莹剔透、娇艳欲滴，十分水灵。总而言之，就是赌石，赌的就是一个刺激。外表不好的毛料，不代表里面不好。想要开出一块好翡翠，除了靠运气，还需要眼力见，更需要实力。以上这些知识都是苏雾刚刚看玉石书籍时总结下来的，如今也能派得上用场。只要他开出一块精品毛料，卖出好价钱。 那么他不仅能完成系统的任务，还能一夜暴富。然而，苏雾在一排排毛料前转悠了半天，一块精品毛料都没发现。就算发现有精品毛料，也是价格昂贵，不是他能消费得起的。苏雾的眼底浮起一团疑问：难道在价格低等的毛料区域就没有精品或者高等毛料吗？显然，对灵气极其敏感的他，在低价毛料区目前还无法感应到浓郁灵气的波动，倒是发现了一两个低等翡翠的毛料。苏雾心思转动，重生到异世，原主即便再厉害，也是穷的叮当响。 身上根本就没几个钱，在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钱就是万能的，没钱万万不能。既然他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立足，就得变得强大，而变强大的前提下，必须拥有数不尽的钱财，才是站在巅峰的首要条件。苏雾一边思索着，一边不忘继续搜寻毛料。要是实在找不到精品高等毛料，那他也只好认栽。不信邪的苏雾继续在毛料区里转悠。忽的，当他走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时，一股浓郁的灵气顿时迎面扑来，他心神大震，好浓郁的灵气！ 顺着这股灵气，苏雾的目光停留在一堆毛料上，驻足观察。瞬间，他就在众多毛料中挑选起一块极其不起眼的石头。这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黑乌沙皮，外表并不好看，可它蕴含的灵气却是非常浓郁，让人一吸有种心旷神怡的清爽感。苏雾凤眸闪过惊喜，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找到精品毛料了。虽说他手上的这块毛料极大可能性可以开出精品翡翠，但毕竟没经历过专业训练，万事不敢掉以轻心。就算真的被他开出了翡翠。 也要等切割后才清楚是什么品质，就是不知这块毛料需要多少钱。苏雾拿着这块毛料走到收银台前咨询价格，当听到这块不起眼的毛料居然也要两千块时，苏雾整个人都不好了，心都在滴血。穷的叮当响的原主，别说是两千块了，就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此刻他浑身上下也就只剩五块钱。苏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窘迫过，更没有像现在这般这么渴望过拥有钱。见苏雾咨询完价格后就不为所动，另一个等着买单的女人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哟，身上连个两千块都没有，没钱还想学人赌石？斐墨轩举办的赌石活动，什么时候连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了？女人名叫方桃，她的声音很大，引得周围一片侧目，纷纷投注过来异样的眼光。苏雾面不改色，只是冷漠的瞥了她一眼，没说什么。方桃见此，被苏雾漠视的态度刺激到，愈加张狂。他双手环胸，轻蔑的哼笑：“怎么被说重心虚啊？斐墨轩举办的活动可是有名额限制的，只邀请来千万身家以上的富豪。你这个穷酸样，哪有资格参加？” 安保呢？还不赶紧过来将他赶走！真是晦气！他话音刚落，周围的人就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同时把安保人员给惊动过来了。这次的赌石活动是由斐墨轩组织的，斐墨轩是盐城最大的翡翠公司，在盐城是数一数二的玉石界大亨。每年斐墨轩都会举办不少活动，而且每次举办活动都会在玉石界引起轰动，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和前来。所以，斐墨轩每次搞活动时请的安保人员都是顶尖的，保护现场秩序和参加活动人员的安全，绝对不容小觑。 此时，那些安保人员听到有人竟敢混进斐墨轩，不由分说的将苏雾围了起来。安保队长语气不善：“小姐，请你出示邀请函，否则，请你离开。”苏雾面色微沉：“你们不妨看下监控，我到底是混进来的，还是光明正大的走进来？”苏雾那淡定的模样，不禁让安保队长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搞不定，人家真的是有邀请函进来的。万一他们搞错，把贵人给得罪了，后果不堪设想。可看这女孩身上的装扮，怎么看也不像是有钱的主。一时间， 安保队长有些为难，他想了想，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调出监控一查便知。小刘，你去监控室查查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安保队长吩咐。小刘正想听从队长吩咐去监控室调查监控时，却被方桃讽刺的声音打断了脚步。啧啧，你们还真信他的话，这人分明就是在糊弄你们，企图蒙混过关，找机会溜走。第十一章，裴墨轩就是如此待客。方桃不依不饶，一副吃准苏雾就是偷溜进来的穷酸样。苏雾淡淡扫向他，眼神冰冷。阿姨。 没有文化，就好好回去学习一下，不要到处去丢人现眼。像是听到了什么让人不可思议的东西，方桃顿时瞪圆眼睛，指着苏雾大喊道：“你叫谁阿姨呢？你这死丫头，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我告诉你，在我方桃面前，你连个屁都不是！”方桃气愤地骂着，一点也不顾及形象。倒是苏雾面色平静，语气淡淡道：“这位阿姨看起来至少已经四十岁了吧？我不叫你阿姨，难道要叫你老太婆吗？”你方桃被噎住，一口老鞋梗在喉咙口，气得说不出话来。噗呲。 苏雾对人的样子，惹得一些人情不自禁笑出了声。方桃听到竟有人嘲笑他，气得浑身发抖。他才二十多岁，四舍五入一下，也就还差一年才到三十岁，距离四十岁还有一段距离。如今未婚未育的他，却被一个年轻女生叫做老太婆，简直气煞他。方桃指着苏雾怒吼：“死丫头，你竟敢嘲笑我！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你还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说着，他随手拿起一块毛料，就朝着苏雾砸去。这一举动惊到了围观众人。 这一毛料要是砸到人的头上，不死也会重伤。众人吓得纷纷避而远之，唯恐殃及无辜。而苏雾则轻飘飘地扫了方桃一眼，压根就没把砸过来的毛料放在眼里。他站在原地动也不动，众人都替他捏了把汗。眼看那块毛料就要砸中他，苏雾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正要侧身躲过毛料时，突然他的腰身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搂住，整个人被带进了一具温暖宽厚的怀抱中，鼻尖萦绕着一股熟悉清冽的男性气息，轻松躲过了一劫。 只听“砰”的声，毛料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无暇顾及,及那块砸到地上的毛料，此时苏雾的视线被一张英俊非凡的脸所占据。傅宴慈的唇瓣靠近他耳廓处，低沉沙哑的嗓音传进耳中：“小心点。”从未与男人如此亲密接触过的苏雾，浑身猛地一颤，整个人僵硬无比，脑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炸裂般轰然响起，一瞬间让他呆滞。他的气息带着一种独属于他的味道，让人心悸。 苏雾把这种不适的感觉归咎到是自己的错觉，他推开身旁的男人，与他拉开距离，目光清明。刚才谢谢傅先生了。虽说方才傅宴慈搂着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排斥，但除了复仇和完成任务，他不想再和其他人有任何瓜葛，尤其是危险的男人。傅宴慈给他的感觉是危险的，一旦陷入进去，怕是再难抽身。傅宴慈挑眉，他能察觉到眼前的小女生有意要和他拉开距离，甚至对他保持一定的警惕和疏远。傅宴慈心里划过一抹不悦，下一秒。 他的目光转移到方桃身上，眼底掠过一抹冷芒。斐墨轩就是如此待客的。傅宴慈语气冰冷，带着不满。这句话说出口，在场的人纷纷变了脸色。斐墨轩的背景在盐城可不是谁都能招惹的，就算是盐城首富的顾家，也要给他三分薄面。却没想，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敢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在场的许多人都没见过傅宴慈，他的相貌过分出众，都在猜疑他的身份。薛会长闻声匆匆赶了过来，他推开人群，走到傅宴慈面前，满是歉意的赔个不是， 刚想喊出傅爷的薛会长，似乎想起傅宴词并不想公布他就是燕京傅爷的身份，立即改了口：“傅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是我管理上的疏忽，怠慢了您的朋友。为了表示我薛某的诚意，您的这位朋友今日不管选多少翡翠毛料，都由斐墨轩免费赠送。”话落，薛会长看向苏雾，又问：“这位小姐，不知你意下如何？”苏雾微眯着眸子，眼底闪烁着精锐的光芒。这斐墨轩的确财大气粗，毛料任他免费选。 正好他看中了手上这块毛料，又没钱购买，既然有人肯免费送，何乐而不为？虽然他得到的便宜都是看在傅宴慈的面子上，他才沾了光。既如此，那他就当欠傅宴慈一个人情好了。有的时候，人情债比钱债更加难还。苏雾心里暗存，点了点头。那就多谢这位。他顿了顿，不知眼前这位老人家怎么称呼。傅宴慈勾了勾唇，开腔介绍：“这位是斐墨轩的创始人薛德怀，也是盐城古玩协会的会长。”苏雾挑眉一笑：“原来是薛会长，我是苏雾。” 感谢薛会长的慷慨解囊，薛德怀呵呵大笑，连忙摆手：“苏小姐客气了，你是傅先生的朋友，亦是我薛某的朋友。日后苏小姐若是需要我薛某的帮助，尽管开口，我一定竭尽全力。”好，苏雾爽快答应。围观的人群被这一幕都惊呆了，他们看着薛德怀对苏雾他们说话的态度，心里暗暗震惊。薛德怀在上流社会是有一定威望的人，不少人对他尊敬有加，哪曾见他像现在这样，对着一个年轻男人恭敬谦逊就算了，还对着一个年纪轻轻的黄毛丫头。 如此客气的傅先生，大家纷纷猜测傅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薛德怀如此恭维对待，也足以证明那个男人的身份不凡。目睹全过程的方桃也意识到这个男人身份不简单，他的脸色变幻莫测。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眼里一身穷酸样的死丫头，竟然是眼前这个浑身散发贵气的男人带进来的。这次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真是该死。方桃虽不知眼前的男人是何身份，但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先假装道歉。 在想办法讨好眼前的男人，瞅着傅宴慈那出众的相貌，方桃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眼前的男人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都长在了他的审美之上，能做他方桃老公的人选就他了。第十二章老 baby 方桃至今快三十岁还没结婚，甚至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交往过。她之所以一直单身，不仅仅是她眼光高，还高的离了个谱。她是方家的千金，长相不是特别出众，但也算是上等货。如今接手家里的公司，从小到大身边围绕不少追求者，而他对那些人的印象。 只有两个字，垃圾。在他方桃眼里，能配得上他的男人，除了是顶级的权贵子弟外，还必须是相貌非常出众、身材完美无缺的男人。如今，他好像要找到心目中的那位如意郎君了。偷偷瞄了眼傅宴词，方桃心跳加速。从他第一眼见到傅宴词的那刻起，就认定了他。方桃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胸口激荡澎湃的跳动，故作羞涩道：“傅先生是吧？实在是对不住了，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你这位朋友，真的非常抱歉。”说着。 方桃冲傅宴慈眨眨眼睛，抬手撩了一下耳畔的头发，故意露出纤细白皙的脖梗和锁骨，自以为魅力无限。傅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加个微信，我请你和这位小姐吃饭，赔个不是。方桃眼神不满期待和紧张，心里却是得意洋洋。她自信的认为，以她这副风情万种的模样，任谁瞧了都会忍不住心动，更何况还是眼前这位超级无敌大帅哥。就不信他堂堂方家大小姐，方氏集团的总裁，还征服不了一个男人。此时的方桃对自己的魅力。 有着一股迷之一样的自信。就在他以为傅宴慈会同意加微信时，却听到男人毫不留情的声音，夹带着冷芒的话语传入他耳中：“不必了，不必了，不必了。”是什么意思？方桃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不过二才反应过来，这个男人竟然拒绝了他。他还以为对方至少会被他的美貌有所迷惑，没成想他不但没有被他的美貌所吸引，反倒连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怎么可能？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他方桃的诱惑。眼前这个男人怎么能例外？不信邪的方桃再次卖力起来。 这次他故意将衣领拉低，露出傲人的勾线，媚眼如丝的看着傅宴慈，缓缓靠近，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他。哎呀，傅先生，你别跟我客气嘛，就算不吃饭也可以加个微信，我可是很会的哦。后面这句话让人浮想联翩，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傅宴慈眼底锋芒毕现，七分冷，敛着三分狠。他忍着踹飞女人的冲动，心中却冒出了另外一个邪恶的念头。下一秒，傅宴慈将求救般的目光落到苏雾身上，似撒娇又似委屈。 看着热闹的苏雾，察觉到什么，嘴角狠狠抽了抽。他万万没想到，傅宴慈竟会向他露出这种完全不属于他风格的表情，还还怪可爱的脸。傅宴慈的这套动作，要是被熟知他的人看到，没准吓尿。曾几何时，他们高高在上、威武不凡的傅爷，竟然也学会了撒娇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之前有女人朝他撒娇，摆弄风骚，下一秒就被他用扫帚扫飞出门，连用手碰一下都嫌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苏雾有些哭笑不得。他本想假装没看见。 奈何傅宴慈这厮的眼神太过灼热，就好像他要是坐视不理，就会受天打五雷轰一般。最终他只能无可奈何的扶额叹息，准备替傅宴慈拔了这朵异想天开的牵牛花。他靠近傅宴慈，只有二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道：“傅先生，我可以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就当还了我沾你光的人情。”傅宴慈一听，看着苏雾的眼神带丝不解，似乎没弄懂他话里的意思。苏雾轻咳一声，随即解释：“我看上了手上的这块毛料，奈何身上的钱还差一点点，所以……” 我是沾了你的光，才能得到薛会长的慷慨解囊，这人情我得还。听闻此言，傅宴慈恍然大悟，眼底深处却布满了戏谑。到底是还差一点点，还是一点点？傅宴慈也没打算拆穿他的小心思，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那待会还得请苏小姐配合我一下。话音刚落，不等苏雾反应过来，他柔弱无骨的小手瞬间被傅宴慈宽厚的大掌给牢牢握住。这突如其来亲密的举止，让苏雾浑身一僵，刚想把手抽回来时，就听到男人充满磁性。 宛若大提琴般低沉悦耳的嗓音在她耳边响起：“雾儿，你男朋友被一个风尘女子问要微信，难道你要袖手旁观，把你男友拱手让人？”字里行间都带着浓浓的挑逗和戏谑。What？雾儿，男朋友？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一般，苏雾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怎么不记得他什么时候交了个男朋友？而且还是眼前这位大他八岁的男人？苏雾呵呵冷笑，万万没想到眼前的男人这般阴险，让他配合他演这么一出假装情侣的戏码。 傅宴慈看他脸色铁青，唇角勾勒出一抹玩味的弧度，他的神情变化尽数收入苏雾眼中。男人眸中的戏谑和阴险，让苏雾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某人设计好的圈套之中。若不是欠他一个人情，答应帮他应付这麻烦，他真想立刻甩袖走人，懒得管这破事。不过，一股邪恶的念头在苏雾脑海中盘旋，他不禁眯起漂亮的凤眸，眼波流转间闪烁着异样的光泽。他能戏谑他，他也能。下一瞬，苏雾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妩媚又妖娆。 倾国又倾城，他抬起另一只手，缓缓抚摸上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轻轻滑动着，声音酥软：“好呀，老 baby。”傅宴辞，女孩的手就像是有魔力一般，缠绕在他脸颊上，令他的呼吸一滞，胸口像是被堵住一般。他的目光越发幽暗，却在听到“老 baby” 这个称呼时，瞬间清醒。他竟然被一个女孩称作“老 baby”！苏雾的话像是一根刺扎在傅宴辞的喉咙，苦不堪言。他真的有这么老吗？傅宴辞感觉自己整颗心都在滴血，殊不知。 二人这相处的画面落在众人眼中，像极了在掉。情。第十三章赌石压住，目睹苏雾和傅宴慈肆无忌惮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秀恩爱，方桃的脸色极度阴沉，被打击的体无完肤，整张脸惨白如纸。他没想到，他好不容易看上的男人，居然会是这个死丫头的男朋友。拒绝他也就算了，还把话说的如此伤人，说他是什么风尘女子，让他颜面扫地。一向高傲骄纵惯的他，乃受得了这等侮辱，简直比杀了他还要痛苦。方桃双拳握紧。 指甲掐进肉中也毫无察觉，心中怒火中烧。不想接下来苏雾的话更加令方桃颜面无存。“阿姨，麻烦你不要勾引我男朋友了，再勾引也改变不了你笨四的年龄和样貌。”苏雾的语气平静淡然，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可落在方桃的耳中却是莫大的耻辱和讽刺。方桃眼睛都气红了。你不待方桃说完，苏雾又补刀道：“你什么你？难不成你还真想当个狐狸精啊？不对，你是狐狸精也太浪费狐狸精这个词了。” 人家狐狸精也是有尊严、有道德的，像你这种精忠败类，在妹妹我面前根本没戏。第一，你没我年轻；第二，你长得没我好看；第三，你身材太差。苏雾将他从上到下贬得一文不值，每说一句，方桃的脸色变黑一分。等说到最后，他的脸色已经黑得像锅底一样。你闭嘴！方桃忍无可忍，怒吼出声。苏雾笑盈盈的看着快要气晕的方桃，怎么这就受不了了？当你污蔑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今天的结局？由始至终。 傅宴慈站在一旁默默的看好戏，全然不知这小孩这么会骂人，完全不带脏字的骂，说着最毒的话，把人堵得哑口无言。再一次的，苏武刷新了傅宴慈对他的认知。本就对他感兴趣的他，貌似这种感觉愈发的强烈。他从来都不知道，一个女子可以有趣成这样，有点意思。无形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傅宴慈的心底悄悄滋生，叫嚣着要冲破他的桎梏，破土而出。听着旁人的议论纷纷，这事不管发生在谁身上，都很难再继续待下去。然而。 大家都低估了方桃的承受能力。他这人一向如此，谁对他不敬，他就会十倍百倍的讨回来，才肯作罢。方桃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眼底闪过一丝恶毒。他看上的男人，又怎会轻而易举的拱手让出？他坚信，这个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他，只是因为他还没见识到他的魅力和优秀。等到他使出浑身解数，自会让这个男人拜倒在他石榴裙下。到那时，他定会让这死丫头好看的。不过在这之前，先麻利解决掉那个碍眼的死丫头，好让傅先生看清。 到底谁才是最适合站在他身边的人选？方桃眼底掠夺，一阵得意。下一秒，他挑衅的看向苏雾，轻蔑道：“敢不敢跟我赌一场？我赢了，你就把身边这个男人让给我，怎样？敢不敢？”苏雾眉毛一挑，眼里流泻出一丝玩味：“我为什么要跟你赌？他是人，不是物品，更不是赌注上的筹码。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你又有什么资格拿他做赌注？”苏雾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让傅宴慈微怔了一瞬，随即心中荡漾起一股奇怪的涟漪。 方桃被苏雾呛得一时间语塞，半晌才憋出一句话：“好，换个赌注，只要我赢了，你就离开他。可以赌什么？”苏雾爽快应允。见他这么爽快，方桃反倒有些愣住了，竟迟疑起来。该不会这死丫头在憋什么大招吧？在不知道赌什么的情况下，竟也答应的这么爽快。这么优质的男人，他当真舍得放手？方桃犹豫半晌，管他不安什么好心，赌约他来定，就定赌石。在赌石这一方面，他方桃可是从小就耳濡目染，深有研究。他就不信。 他会输给一个土包子。方桃眼珠子转了转，计上心头，故作镇定的开口：“既然我们现在在赌石场上，那我们就来赌石，谁开出的翡翠价高谁就赢。”可以。苏雾不假思索的应声，他眉梢微动，眼神里流淌着一股无尽的智慧。若我赢了，你必须在众人面前向我大喊三声：“爸爸，对不起，我错了。”可敢？方桃闻言，脸色骤然一僵，气得咬牙切齿：“有什么不敢？总而言之，我赢了，你就离开傅先生，不得相见。你赢了。” 我就喊你爸爸。苏雾嘴角扬起一抹浅笑，爽快答应。赌约开始，众人兴致勃勃的都在猜测到底会是谁赢。有人更是不嫌事大的开始压注，一方压方陶赢，一方压苏雾赢。按照目前的进度，压方陶赢的人占据多数。方陶在他们这个赌石圈子里算是颇有名气。方陶的爷爷曾是玉石界赫赫有名的翡翠鉴定师，方陶自小跟在爷爷身边，自然也跟着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眼光毒辣，开出的翡翠成功率很高。因而相比起来。 众人更愿相信方桃会赢，而押苏雾赢的就只有区区三个人。第一个毫无疑问就是傅宴慈，第二个是薛会长，至于第三个人，则是一个长得非常帅气的男人。全场也就只有他们三人是押苏雾赢的。苏雾对于押他赢的有多少人并不感兴趣，他饶有兴致的看着方桃，看他在一排排毛料前穿梭，拿着手电筒这里照照，那里照照，好生觉得无聊。想他一时半会估计是挑不到喜欢的料子，苏雾干脆找了个座位坐下，拿起手机登录原主的 ID，玩起了手游。 这还是他重生到这个世界第二次玩游戏。第一次玩这款六 D 游戏的时候，他就不禁感叹科技的发达，不管是游戏场景还是人物，做得非常逼真生动。这款游戏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一款手游，叫《王者闪耀》，曾在几年前它的名字叫《王者毒药》。经过不断的技术升级，现如今成为了手游游戏里的霸主。苏悟登录上 ID 后，开始点击排位，选择原主最擅长的人物——新花木兰。一场游戏从开始到结束，少则也要二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的都有。 他估摸着会在二十分钟左右结束游戏，到那时方桃应该可以选到料子了吧？第十四章出绿了，在这场赌约里，苏雾和方桃明明双方都是当事人，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一个沉浸式找料子，一个沉浸式打游戏，这心态截然不同。众人看得云里雾里，纷纷好奇：苏雾不用找毛料的吗？怎么还有心思在打游戏？不止众人好奇，就连压苏雾赢的三人也不例外，都在观察着苏雾。薛会长一脸不解的问傅彦慈：“傅爷，他这是干嘛呢？”傅彦慈笑而不语。 只是静静的望着苏雾，他轻描淡写道：“玩游戏呢，别打扰他。”薛会长，得不管他们是真假男女朋友关系，他都被吃了一嘴狗粮。身为男人，他又怎会看不出傅爷的那点小心思？傅爷这是对苏小姐动心了呀！薛会长看了看苏雾，又看了看满眼宠溺的傅宴慈，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震惊的。众所周知，燕京太子爷不近女色，一直洁身自好，从未传出任何绯闻。如今竟公然对一位女生这般温柔体贴，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这苏小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太子爷这样的人物倾心相护？薛会长实在是想不通啊！不就长得好看？难道傅爷也是肤浅的男人？傅宴慈不晓得薛德怀心中想法，他来到苏雾面前，坐到他对面，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在他玩游戏的手指上，白白嫩嫩、细细长长的，不禁回想起刚才牵他手的一幕，软软的、暖暖的，触感极佳。苏雾功夫高强，他的手里应很粗糙，可实际看上去如上等羊脂玉一般。 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练武之人的手。傅宴慈眼眸里渐渐溢满温柔缱绻，他没有出声打扰他玩游戏。虽不清楚他不去挑选毛料的原因，赢的把握有多高，但不管他是赢是输，他都会护着他。在这般无趣的生活里，傅宴慈好像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刚好二十分钟，苏雾结束了一把排位，抬起头便对上男人投过来深究的眸光。也不知傅宴慈这样盯着他看了多久，更不太理解傅宴慈眼神里流露出的深邃情绪。苏雾淡定的收回手机。 就听到男人低沉醇厚的嗓音缓缓响起：“苏小姐玩的是什么游戏？”听到傅宴慈的问话，苏雾颇为震惊的看向他，似乎没想到他会开口问起游戏，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像傅宴慈这种天子骄子是不会玩游戏浪费时间的。苏雾抿了下红唇，眼底波光流转，王者闪耀。傅先生难道也在玩？嗯，玩。傅宴慈不慌不忙的开口，让人看不出他这是在撒谎。苏雾信以为真，还说：“那有时间我们来开黑吧。” 这个世界的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让他这个来自凤云大陆的修真者都忍不住沉沦其中。嗯，傅宴慈点点头。苏他是嗯嗯怪吗？这时，挑选好毛料的方桃走了过来，用一脸挑衅的眼神说道：“小丫头，我可挑好了，你的呢？你全程都坐在这里打游戏，也不去挑毛料，该不会是不懂怎么挑选吧？”哈哈，讽刺的笑声布满整个赌石场，惹来一阵嗤笑。压方桃赢的人都恨不得苏雾不懂，输的彻底，这样子他们就能赢。 却不知苏雾早已挑选好了毛料，便是他手上那块不起眼的石头。他端起料子，气定神闲地开口：“我就选这块。”当众人看到苏雾挑选的毛料后，错愕了一瞬，紧接着哄堂大笑：“哈哈，他没毛病吧？竟然挑选了一块丑不拉几的毛料！老兄，你这想法是错误的。俗话说，外表不好的毛料，并不代表里边不好。但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这毛料难出玉啊！对，肯定是块废料。我看那方总手上这块精心挑选的毛料就不错，肯定能出绿。”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本就得意的方桃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仿佛再笑苏雾就是一个傻叉、白痴。方桃一脸的趾高气扬：“既然你确定选这块毛料，那我们就到谢氏区一决胜负。”等等，薛会长连忙上前走到苏雾身旁，苦口婆心的劝导：“苏小姐，你当真要选这块毛料？要不咱再挑挑？这毛料它不管怎么瞧，出绿的概率都十分悬啊！”心知薛会长的好意，苏雾摇摇头，语气坚决：“薛会长，请相信我一句，请相信我。” 仿佛蕴含了千钧力量，让薛会长不由得一怔，就好像有种魔力一般，让人想要抛掉心头杂念，信任他，信赖他，支持他。薛会长不由暗自笑了笑，他确实是疯了，竟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不死心的还想再劝劝，却见苏雾坚定如磐石的眼神时，到了嘴边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只好收回心思，无奈叹气一声，想了想便安慰道：“苏小姐，赌石赌的就是心跳，哪怕输了也没关系，就当花钱买经验，切不可气馁。我们华国有句话说得好。” 输赢乃兵家常事，败不乃胜不骄。他不希望苏雾为此而自责伤神。苏雾闻言笑了笑，轻微颔首，表示明白，也谢谢了薛会长的提醒。走吧，我陪你去谢时区。傅宴辞适时站起身，带着苏雾往谢时区走去。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此时谢时区人满为患。五十多岁、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师傅看向苏雾和方桃二人：“你们谁先来？我先来。”方桃自告奋勇的上前，把毛料递给了解石师傅，恨不得能在众人面前大放光彩。 谢石师傅接过方桃递来的毛料，打量了一番后，眼神瞬间放亮。这位小姐，不知你是要切还是擦？你来画线还是我来画？方桃自信满满的开口：“我来。”只见方桃拿着笔在毛料上开始画起了纹路，画完后就把毛料交到谢石师傅手中。很快，解石机开始运转，轰鸣响起，一刀下去，一抹绿莹莹的翡翠便呈现在众人眼前。谢石师傅激动大喊：“出绿了，出绿了！”众人见状，纷纷凑,凑上前来看个仔细。我去，真的出绿了！ 色泽透明，看着水头，估计能开出冰种翡翠，这运气也忒好了吧？这次赚大发了！周围传来各种羡慕、嫉妒、恨的叫声，同时大家不忘催促谢石师傅赶紧继续切割。第十五章竟是帝王绿，谢石师傅也想赶紧切割这块毛料，好看看会开出怎样的翡翠来。他继续埋头工作，一旁的傅宴慈默默看了眼始终淡定的苏雾，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孩冷静的有些过分，就好像打赌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他这么冷静，难不成是有赢的把握？ 傅宴慈若有所思，却不知苏雾确实有把握能赢。他不知道苏雾能感应到世间万物所有的灵气，更不知苏雾之所以如此淡定，那是因为他在方桃的毛料上感应到的灵气没有他这块毛料的灵气充足纯粹。想必方桃的毛料的确能开出绿，但品种并没有他的好。所以未卜先知自己会赢的苏雾压根就不担心输赢。抬眸间，谢石师傅已经成功解出一块如苹果般大小的翡翠，众人惊呼，竟真的是冰糯种翡翠。 而且还是极品冰糯种，涨了涨了！人群顿时一阵轰动，个个开始热情高昂的喊价。我出三百万，我出五百万，我出一千万，我出一千五百万！这块极品冰糯种翡翠，一千五百万的价格已经是最高的了，若是超过这个价位，就是赔本。方桃没料到自己今天运气这么好，能开出价值一千五百万的翡翠出来，这一下子他更加确信自己肯定能赢，看向苏雾的目光也带着满满的骄傲和挑衅。你输定了！他笃定的开口，却听到苏雾淡漠的声音响起。 我看未必。苏武说话间，就拿起毛料交到谢石师傅手上。方桃见此，嗤之以鼻，语气充满嘲讽。事已至此，还在嘴硬，希望你待会不要哭鼻子，死皮赖脸的不舍得离开傅先生。闭嘴！一直沉默的傅彦慈忍无可忍，墨色的眸泛着摄人心魄的幽冷光泽。他已经忍他很久了，不仅吵，还很烦。若非他想借着此次的名义来接近苏武，他忍了又忍，恐怕这个女人早已没机会在这耀武扬威。天凉了，方家也该倒了。 方桃被傅宴慈这一声闭嘴吓得噤声，心中又怕又怒。对上他眸子的那一刻，他好像从他深邃黑耀的瞳孔里看见了一片杀意。他不敢再乱开口。眼前这个男人虽长得惊为天人，可那性子实在让人胆寒，不是谁都能轻易招惹。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倘若他再继续说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不好的下场。傅宴慈的良苦用心，对于感情迟钝的苏雾来说，全然不知晓他的用意。苏雾以为傅宴慈跟他一样厌烦了方桃的聒噪，才让他闭的嘴，不想。 傅宴慈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他看不惯方桃对他咄咄逼人，他人在针锋相对。谢石师傅已经拿着苏雾的毛料认真观察，他开过不少毛料，一眼便看出苏雾的这块料子难出绿。他叹息，摇了摇头，就把毛料放在机器上，开始操作。解释机再次发起轰鸣声，围观的人群哪怕知道这块毛料难出绿，可仍旧是耐不住好奇，一个个小手一探，一刀下去，外皮裂开，只是白花花的石头。众人皆是一副果然就是如此的神情。再一刀下去。 不再是白花花的石头，竟然出现了一抹绿色，一股浓郁的灵气源源不断的从毛料里涌出，拼命刺激着苏雾的神经，让他觉得十分舒适。他眼睛里的神采熠熠闪亮。这毛料里的灵气这般纯粹充裕，可见里边的玉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出绿了，出绿了！谢石师傅惊讶万分，下一瞬颤抖着激动的手看着地章，不出意外的话，这毛料要是全部解出，绝对比上一个开出的毛料价值还要高。至于具体能开出怎样的高货，他也说不准。 谢石师傅的一声出绿了，瞬间让人群沸腾起来。不会吧，竟然出绿了？怎么可能？这个毛料分明看起来就不可能出绿。大家稍安勿躁，这不是还没完全解出来吗？说不定再下一道绿就消失了呢。指不定就是靠皮绿。人群中传来质疑的声音，大家显然是不相信苏雾挑选的这块毛料会出绿。比起苏雾一副淡定的模样，他们显得有些过分的激动，纷纷被苏雾的沉稳给刺激到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懂没懂。同样激动的谢石师傅继续往下切。 众人全神贯注，屏住呼吸的等待着结果。很快，整个谢时区响起谢时师傅洪亮的声音。他激动地站起来：“是帝王绿，竟是难得一见的极品帝王绿！”此言一出，全场彻底炸开了锅。我的天，真的是帝王绿？是我老眼昏花了吗？这样的毛料竟然能开出帝王绿，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震惊三观。呜呜、嗯，赌石多年，我的眼力见竟然没有一个小姑娘的好。何止是你，我们大家一样都觉得这块毛料不可能出绿。 也不知他是运气好还是财神爷投胎，谁能想到他出绿就算了，出的还是难得一见的帝王绿，还让不让人活了？傅宴慈和薛会长齐齐看向波澜不惊的苏雾，眼里都闪过惊诧之色，凝视着苏雾那双漆黑的凤眸，宛若溶洞最深处的一汪潭水，纹丝不动，气定神闲。傅宴慈心里涌起了一抹复杂的滋味，果然还得是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直以为自己能够赢定的方头，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傻眼了。他的身躯微微站立起来。 脸色惨白，怎么会？怎么会这样？事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原先的设想，他根本就没想到苏雾这块垃圾毛料会开出绿，还是帝王绿。大家不见好的毛料竟开出了帝王绿，一个个表示深受打击，让人难以置信的同时又非常的羡慕。有人赌石一夜暴富，有人赌石倾家荡产，而苏雾何止是一夜暴富，根本就是一招登顶。他开出的这块帝王绿，按照市场价估摸着能赚上一家这样的一笔巨款，比起盐城的一些豪门来说还要富裕。现场。 一些有实力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竞拍，都想得到这块来之不易、完美无缺的帝王绿翡翠。我出五千万，吃五千万，你都好意思说出口？我出六千万，一个亿，一个亿一出，在场大部分人都会被淘汰。世界上豪门虽多，能轻松动用上亿资金的豪门却是极少。一些只有千万资产的他们，又何德何能争得过上亿身价的豪门富商呢？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亿身价的豪门是如何争夺这块帝王绿翡翠的。第十六章，两个亿高价。 现在帝王绿翡翠已经喊到一个亿的高价，而喊出这个数目的人，则是押苏物营的那个帅气男人。他便是凤氏集团的总裁凤锦修。凤锦修乃是金陵首富凤家长孙子，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凤氏集团 CEO 的位置。听闻手段雷厉风行，为人果决狠辣，跟燕京太子爷一样，都是不好惹的主。当时苏雾除了傅宴辞以外，都不被众人看好，没人愿意押他赢。可凤锦修却偏偏跟大家相反，反倒押苏雾赢。他究竟存有怎样的私心，无人知晓。 傅宴慈掠过众人的视线，投在了凤景修身上，朝他点了点头。显然二人是认识的。见此一幕，苏雾忍不住好奇的问：“傅先生可是认识？”见苏雾问起别的男人，傅宴慈眸光微沉，淡淡回了句：“有过合作，不熟。”苏雾默了默，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凤景修身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见到这个男人的第一眼起，就感觉莫名的亲切。可结合原主的记忆里，并没有关于这个男人的半分信息，那这种亲切感又该如何解释？苏雾不由得皱眉，百思不得其解。 容不得他多想，竞拍仍在继续着。一个亿一百万，一个亿两百万，一个亿五百万，场面到达了白热化。没有丝毫的犹豫，凤锦修声音沉稳的响起，一口气直接加到了两个亿。当帝王绿翡翠的竞拍价格达到两个亿之时，整个赌石会场一片哗然，苏雾的心也跟着颤抖了几下。一个亿足以让他感到意外了，没想到最后还能再翻一倍，足足两个亿华国币，不是两百、两千、两万，而且一个数字二后面带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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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巨款。 这是许多人穷尽几辈子都挣不来的财富，可他只用了一个晚上，时间不到就赚到了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此时此刻，苏武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些恍惚的同时又充满了喜悦和激动。成交！苏武抬眸扫向凤景修，眼神里充满了笑意。这帝王绿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自然是有它的价值。要是没有优势所在，就不会值两个亿这么高了。来到这个世界，并且重生到一个拥有马甲却穷的不能再穷的原主身上，苏武很是憋屈啊，身上没些钱。 他还怎么在这个世界立足？本来还愁着怎么赚好多好多钱，现在倒好，钱自己送上门来了。苏雾的笑恍惚间让凤锦修想起了某个人，他的深眸中闪过一抹异样的神色，随即恢复了平静。他迈开步伐，伸出右手，绅士般递到苏雾面前：“这位小姐不知如何称呼，我叫凤锦修，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凤先生，我叫苏雾。”听到苏雾的名字，凤锦修微微挑了下眉：“姓苏，苏雾倒是一个好名字。苏小姐，今日真是不巧。” 资金不够，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们留个联系方式，等明日我再来找你买玉。凤锦修脸不红心不跳的说着违心话。傅宴慈心中冷笑，这个凤锦修安的什么心？他堂堂首富凤氏集团的总裁，身上要是没有两个亿可以随时动用的钱财，说出去谁会信？可偏偏苏雾就信了他的鬼话。那我们加个微信，方便联系。见苏雾不仅信了凤锦修的鬼话，还要加微信，傅宴慈当即有些不愉，他连他的微信都没有，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不自觉的跟着嘲讽起来。 堂堂凤氏集团的总裁，现在连两个亿都拿不出来吗？他这么说，实则是想变相的告诉苏雾，知道这个世道人心险恶。凤锦修压根不是拿不出两个亿，而是想找个理由来加他微信。他想告诉苏雾，让他不要着了凤锦修的道，小心有诈。也不知苏雾听没听懂，他也不说话，直接掏出手机，当着傅宴慈的面扫码加上了微信。傅宴慈，哦，他是多余的。凤锦修加上苏雾微信后，这才转过头来直视傅宴慈，语气颇为不客气的说道。 傅总真是爱说笑。我虽身为一介商人，但谁又规定我就能随时拿出两个亿？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让人挑不出毛病。傅宴慈不怒反笑，我还以为凤总跟我一样，钱多的没地方花，原来并不是。凤锦修既毒舌又自恋，先是嘲讽他没他傅宴慈有钱，后是变相的夸赞他自己钱多的没地方花，真是不要脸到极致了。众所周知，谁人不知他傅宴慈什么都不多，就钱多。一旁的苏雾看着他们两个大男人明里暗里的交锋，心中感到好笑。 这两个大男人是杠上了。笑着笑着，突然，苏雾唇边的笑意凝固在嘴角，目光直视的方向，他看到方桃趁着众人不注意，想要偷偷溜走的一幕。瞬时，他轻撇红唇，似在嘲讽世间愚人。方小姐这是想要往哪儿走？苏雾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落入每个人的耳中。众人皆纷纷将视线投到了方桃身上。方桃被吓得止住想要逃跑的脚步，硬生生的转过身子，试图反驳，理直气壮道：“我我去洗手间不行吗？”“哦，据我所知。” 洗手间好像在反方向吧？苏雾勾唇，漫不经心的开口。方桃脸颊抽搐了一下，强撑着：“我……我这不是不认识路，走错了，是吗？”苏雾笑意加深，看到他的笑，方桃怒了：“你什么意思？难道怀疑我在逃走？”苏雾笑意不减，可是话语间却已透着寒凉刺骨的冷意。你觉得呢？看来方小姐挺喜欢对号入座。方桃咬牙，心中恨意滔天，却又无可奈何。这死丫头太过牙尖嘴利，她压根就说不过她。她怎么也没想到。 死丫头不仅能开出帝王绿翡翠，还卖出了两个亿的高价，已知输定。想起二人的赌约，为了不喊死丫头爸爸，他本想着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溜走，谁料却被他发现，还中了他的道。他怎能不气不恨？可即便他又气又恨，又能怎样？死丫头身边有个来历不明的男人护着，现在还不是能跟他们撕破脸的时候。要不然，一旦这个男人身份厉害，方家以及方氏集团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不敢拿着自己的人生去冒这个险，所以他只能隐忍。 暂且放下心中的怒气，咬碎银牙往肚里咽。等日后找到报仇的机会，他定让死丫头不得好过。第十七章，方桃落荒而逃。苏雾冷眼盯着方桃的表情，便知他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不过他并不担心，就算方桃再厉害，也伤不了他分毫。被那么多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方桃现在觉得甚是丢人，只想赶紧逃离这里。他欲转身，正要离开此地时，却被苏雾一记冷芒的眼神射在身上。方小姐，你还没愿赌服输，兑现承诺呢，谁允许你可以走了？ 方桃身躯下意识一震，故作无辜道：“只是玩玩而已，用得着这么欺人太甚吗？”既然如此，那我不小心抽你一巴掌也是玩玩而已。”苏雾漫不经心的反驳，下一秒就准备朝方桃扬手。方桃被苏雾这番做派吓了一跳，连忙捂住自己的脸：“你敢！我警告你，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可是方家的千金，方氏集团的总裁，你大可试试我敢不敢！我连首富顾家的长孙子都不放在眼里，还怕你区区一个小小的方家？”苏雾挑眉，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 欠扁的同时又 A 又飒，方桃惊惧不已。他竟然连顾家的人都不怕，他到底是谁？方桃很会察言观色，识时,时务者为俊杰，要不然仅凭她一介女流也很难稳坐方氏集团总裁之位。经权衡利弊之下，方桃选择隐忍心中的不甘，决定先服个软，打算息事宁人，便极其不愿的低头与苏雾谈条件。苏小姐，我向你道歉，你放我离开。欠必然要道，毕竟是你污蔑我在先，我跟你打赌，谈好的赌约也必须要履行。难不成方小姐？ 今日就想赖账不认，这样一来，方小姐可是在上流社会成为人人口中的笑柄。苏雾冷笑，丝毫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别人对她不仁，就别怪他对别人不义。她从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方桃从小到大都从未这般丢脸过，此番众人围观她的窘态，让她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她死死咬着唇，羞愧难当。今日的事，她要是不履行承诺，这个死丫头定是不会轻易放她离开这儿的。想着，方桃深吸一口气，声音如蚊子般小：“对不起，苏小姐。” 我错了，这么小的声音，若是不细听，还真难以让人听清。他那语气几乎弱得听不见。苏雾皱眉，原来方家已经穷到这种地步，饭都不让人吃饱，哪有力气说话？方桃气得脸色铁青，可偏偏不敢发作，他只好提高声音再重复一遍：“对不起，苏小姐，我错了。”这一下子，所有人都听清了，可唯独漏掉了两个字。苏雾嘴角噙着淡漠的笑：“方小姐，我怎么记得我的赌注好像是要向我大喊三声‘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既然方小姐忘了，那麻烦方小姐重说三遍吧。你方桃气得浑身发抖，却偏偏撞见傅宴词那冷厉的眼神时，硬生生将怒火咽回肚子里。她只能憋屈的履行承诺，顶着众人的嘲笑爸爸：“爸爸，对不起，我错了。”“爸爸，对不起，我错了。”“爸爸，对不起，我错了。”说完，方桃便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离开。暗处，方桃看着苏雾和傅宴词两人站在一起的画面，一阵嫉妒之情和熊熊烈火在她心底蔓延开来。 方桃离开后，苏雾感觉这里的空气都变清新了不少，嘴角的笑意愈发的艳丽。就这么高兴，见他开心，傅彦慈的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嗯，被人喊我爸爸，并且赚了两个亿，能不开心吗？苏雾笑着回答。其实最开始的还是平白无故的赚了两个亿。眼见系统发布的任务也完成了，就是不知下一次任务会在什么时候。他恨不得每天都能有系统任务，这样他就能快些复活半生神兽，恢复修为，重回凤云大陆报血仇。贪心不足吞相，吞蛇象。 天理难，王塔鲫鱼。一个人立身处世，必须要知足，不要贪图过多的欲望，否则会适得其反。已经赚了两个亿天价的苏雾，也没打算继续找能开出绿的毛料，是时候该回家了，要不然父母又要担心。于是他便跟傅宴慈说了声：“傅先生，感谢你今日带我来这里。由于我还是学生，太晚不回家，家里人会担忧，我就先走一步，我送你回去。”傅宴慈没说什么，直接转身向门口走去。本没想过让他送的苏雾，见他已经离去的身影，只好作罢。一路上。 车内陷入一片沉默。傅宴慈一直在处理工作上的事，而苏雾也抱着手机玩游戏。他的家住在盐城永安镇的溪水村。很快，豪车驶入溪水村村口停下，与周遭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幸亏现在是晚上八点，村口几乎没人会经过，倒也免去了被村里人看到后的议论。尤其是村里的那些长舌妇，若是被他们看到，指不定苏雾被人包养的事迹会传遍整个村的人都知道。苏雾把目光投到车窗外，见溪水村到了，他才收回手机，想向傅宴慈说声谢谢时。 见他一直沉浸式工作中，生怕打扰到他，便直接推开车门下车，以至于忽略了车内男人眸中划过的那抹不快。他摇下车窗，看向苏雾的背影：“苏小姐，请慢步。”身后响起男人醇厚好听的声音。苏雾止住脚步，转过身，疑惑地看向傅宴辞：“傅先生，怎么了？”男人薄唇轻启：“苏小姐，是不是忘了一件事？”苏雾正愣了一瞬，眨巴眨巴着双眼，丝毫不知他忘了什么。见苏雾不解地看着自己，傅宴辞的眸色加深了几许。他默了默，而后拿起手机递给他。 苏雾更加不解了，他把手机给他是几个意思？难不成是他手机坏了，要让他帮忙扔掉？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雾不曾多想，走过去拿起了傅宴慈的手机。见他拿过他手机，傅宴慈的唇角扬起了一抹笑意，似是心满意足。然而下一秒，他嘴角的笑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腹的郁结和生气。只见苏雾拿起他手机后，像投篮一般，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将他的手机扔进了村口的垃圾桶。傅宴慈，司机大叔。 第十八章滚出一般。傅宴慈怎么也没想到，苏雾接过他的手机，竟然是为了扔进垃圾桶，简直好极了。男人冷笑：“程叔，开车。是”“是傅爷。”车内的怒气值不断上涨。程叔感受着车内来自傅爷的怒气，害怕的直踩油门，生怕耽搁一秒就会遭到傅爷的灭顶之灾。哦的乖乖，苏小姐胆子忒大了吧？居然敢把傅爷的手机扔进了垃圾桶。好样的！苏雾不知自己已闯下了大祸，见手机被他准确无误的扔进垃圾桶后。 转身正想向傅宴慈邀功时，却看到男人投过来最后一抹森冷的视线，车子便扬长而去。苏雾，什么情况？姓傅那个男人好像是生气了，不是他让他帮忙丢手机的吗？为何要生气？苏雾蹙着眉头，都说女人心海底针，他看男人也不过如此。叮叮叮，这时不远处的垃圾桶传来一阵古老的手机铃声。苏雾听在耳里，心中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难道顺着手机铃声？苏雾捏着鼻子凑近垃圾桶，果真看到刚刚被他扔进垃圾桶的手机在响。 苏武，他终于知道傅宴辞为什么会那样生气了。苏武一阵欲哭无泪，谁让他无缘无故把手机递给他，递给他又不说什么事，他这才误以为是手机坏掉，让他帮忙扔的。结果，苏武颇为头大的捏了捏眉心，只好从垃圾桶里捡回手机，打算明日再还给他。要是被凤云大陆那些人知道，堂堂女帝竟在垃圾桶里捡垃圾，怕是会笑个一百余年吧。溪水村的鸟儿在树梢上欢快的歌唱，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轻轻洒在大地上。 伴随着村里的公鸡鸣叫声，苏雾睁开了紧闭的凤眸。他早早起床，出门锻炼，呼吸山涧里极少的灵气。他来到地球后，发现地球上的灵气稀少，不利于修炼。幸好他有半生神兽凤凰钱多多，他不仅有个空间，还是空间里的守护者。空间里灵气充足，他日后要是能够恢复修为，便可在空间里修炼。溪水村有一百多户人家，上一年为了提倡最美的乡村，溪水村也在露天的空地上建立起了健身的地方，里面有不少类似公园里的健身器材。 苏雾在这里锻炼了一个钟，就打算回家洗漱回学校。回家的路上却被一道刺耳的声音扰乱了今日的好心情。哟，这不是堂妹吗？怎么把自己搞得满身是汗？说话的人是二叔家的女儿苏甜甜。苏甜甜许久未见过苏雾了，今日一见，竟发现苏雾比之前好看了不少。她眼神闪过一抹嫉妒，内心愈发不甘。这个苏雾到底用了什么护肤品，居然变得这么好看？似乎哪里变得不一样了。苏甜甜跟原主关系一向不好，只因原主长得好看，成绩优异。 人人夸奖。后来原主去读了贵族学校后，整个人都变了，不仅成绩下降，还整天死气沉沉，没个人样，可把苏甜甜给乐坏了。苏雾瞥了苏甜甜一眼，声音寡淡：“苏甜甜，别挡我路。”苏甜甜一夜脸色微微泛红：“堂妹，你这是什么态度？连我这个堂姐都不喊一声？我可告诉你，马上就要到国际数学竞赛了，我是参赛人员之一。至于你，就在电视上看看我是如何给村里面争光吧。<第>”叮，第四个任务已发布，请宿主参加国际数学竞赛。 拿冠军，苏雾怎么系统发布的任务一次比一次还要难？让他参赛也就算了，还要他拿冠军，真当他是学神啊！苏雾冷吃，不就一个国际数学竞赛吗？我们赛场上见。说完，苏雾越过苏甜甜往家里走去，徒留苏甜甜在原地气得直跺脚。他眼神阴冷，苏雾，我看你得意到什么时候？就凭你这倒数成绩还想参赛，简直痴人说梦。苏雾没想到昨天刚完成系统的一百万任务，第四个任务这么快就发布了，这速度不错不错。 希望系统能够继续保持。在回学校的路上，苏雾边跑步边思考，要怎么样才能拿到参加竞赛的名额？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倘若他不拿出点拿手的成绩出来，学校是不可能允许他参赛的。唯有这次的月考，好像还有半个月时间。苏雾眼神微沉，唯有这次月考拿到全年级第一，那么他想要参赛，学校应该是不会有多大的意见。这般想着，苏雾已到达了学校，距离迟到还有三分钟时间。不想他刚踏进教室，就被守在门口的陈老师堵住了去路。 陈老师陈桂芳是高三一班的班主任，他扶了扶黑框大眼镜，对苏雾道：“苏雾，你迟到了，在高三这个节骨眼上还敢迟到，我今日必须惩罚你。距离迟到时间还有三分钟。”陈老师四个眼睛都瞎了吗？苏雾毫不客气地反驳。他明显从陈桂芳身上感受到了找茬。细细想来，陈桂芳突然找他查，定是受人指使，而这背后之人，无疑就是他们学校的曹校长了。陈桂芳怎么也没想到苏雾敢这么嚣张的和自己顶嘴，当下气急。 脸色铁青，苏雾，你竟敢辱骂老师！今天你给我站在教室门口上课，没有我的批准，不许进来！苏雾闻言，冷冷勾唇：“第一，我没迟到；第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是不会接受惩罚。那你就给我滚出一班！”陈老师狰狞着一张脸怒斥。苏雾眼神微冷：“如此甚好。”见他如此狂妄，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陈桂芳心里越发恼火：“哼，离开我一班，我看还有哪个班会要你这种学习成绩差到极致的学生，只会拖累班级的后腿。” 二人的争吵，一般班上的同学都看在眼里。我去，这一大早还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要是苏雾离开我们一班就好了，我们一班就不用被他拖后腿。要不是他那穷鬼父亲救了顾校草父亲一命，他哪有资格读得起格兰特林？其实他也怪可怜的。要是离开一班，指不定高三所有班级都不敢收留他。班上的人议论纷纷。陈桂芳抱起双臂，洋洋得意。顾言之看都不看苏雾一眼。宋子白刚想替苏雾说话之时，却被一道好听的声音打断了他想要说的话：“你们不要，我要。” 第十九章，沈淑英帮苏雾。一道清脆的声音响遍整个教室，众人目及所处，就见一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不知何时已站在陈桂芳和苏雾身旁，眼神充满了坚定。见众人都在看她，女人昂首挺胸，一双美丽的眸子闪烁着光芒。她再次开口：“苏同学，你们不要，我们十班要。”她正是高三十班的班主任沈淑英，芳龄二十五。高三十班里的学生都是一群差生，学校的吊车尾。 每日除了吃喝玩乐，便是上网聊天、打游戏、打架斗殴，不学习。这样的差生班实在是令学校感到耻辱，令老师充满头疼。而身为高三十班班主任的沈淑英，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进入了格兰特林，却因得罪了某人才被分配到高三十班教学的。他并没有因为高三十班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学生而放弃教育他们，相反，他非常负责的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群不学无术之人身上，企图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好学生。即便是成绩差也没关系，人品不差便足矣。 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餐；授人以渔，可享一生。”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自主学习的能力，还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生存的本领，学会认知、做事、共处、生存。这是沈淑英身为人民教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众人见沈淑英竟然要收留苏雾，皆是嘲笑出声。眼下恐怕也就只有十班才会收留苏雾了，毕竟苏雾学习成绩常年倒数，最适合十班不过了。苏雾抿着唇，看向沈淑英的眼神带着复杂的情绪。陈桂芳嗤笑。 沈老师，你可要想清楚了，这是一个刺头，你们十班刺头够多了，若是再收留一个，那可就真的是雪上加霜，只怕会引来更多的麻烦。说这话的时候，陈桂芳的语气里有说不尽的轻蔑和不屑。沈淑英淡淡瞥了陈桂芳一眼，笑意暖暖的道：“陈老师，我班的人我会带好，就不劳烦你操心了。”相比起陈桂芳尖酸刻薄样，沈淑英却显得落落大方、从容淡定，一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般，这让陈桂芳更是嫉妒万分。在格兰特林。 沈淑英由于长相漂亮、温柔善良，是所有男教师心目中的白月光，亦是所有女教师羡慕嫉妒的对象。看着沈淑英精致的五官，陈桂芳冷哼，妒忌使她口不择言：“哼，沈老师就你这般做派，永远只能窝在高三十班这种差生班，迟早有你后悔的。乃像我教的是一般这种尖子生，前途无限光明。”说到这，陈桂芳一脸的骄傲，更加看不起沈淑英了。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还不如她一根手指头。沈淑英脾气极好。 没有因为陈桂芳的三言两语就被激怒，这般心性不是常人能够比拟的。他淡淡一笑，宛若春风如沐。我只想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就已经足够了，没有想过其他。瞧他淡然从容的模样，陈桂芳倒像是小丑一样，心头的火焰更加旺盛。你少在这装模作样了，就算你尽心尽力的为十班好，他们都不会看在眼里，只会浪费你的一片心意。高三十班永远都是学校的吊车尾，一群废物垃圾。一时间，周遭陷入一片寂静。都没想到陈桂芳竟然会说出那样的话来。 苏雾脸眸，脸色稍沉，也不过如此。苏雾，你什么意思？啊？陈桂芳听出苏雾话里的讽刺，当即恼羞成怒。字面上的意思，像你这种没有职业操守、只想着名利、攀权富贵的人，不配称职，更没资格辱骂十班的人是废物垃圾。苏雾毫不客气地道，一张漂亮的小脸上满是鄙夷和嫌恶。陈桂芳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苏雾，面目狰狞。苏雾，你别太嚣张了，真以为自己破了何成长一家的犯罪案件就自以为很了不起，在我眼里也不过如此。 差生就是差生，目无尊长，都敢骑到我的脖子上来了。沈淑英当即将苏雾挡在身后，神色微冷：“陈老师，请注意你的言辞。我觉得苏同学说的没错，学生都是人，人都是有尊严的。你这样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名教师该有的素质和风度，不仅侮辱了他们，也侮辱了自己。”沈淑英一席话说得掷地有声，让苏雾投来赞赏的目光。这个沈老师不错，可以处。察觉到苏雾投来的眼神，沈淑英跟他对视，瞬间就被他那张精致的脸蛋迷住，痴痴地道。 苏同学，你快去收拾东西，跟我去十班呀！如此迫不及待的言语，让苏雾眉毛微挑，甚至觉得有些好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沈淑英俏脸一红，连忙轻咳一声：“哈,哈哈哈！”沈老师对美的事物没有抵抗力，尤其是像苏同学这样的美人坯子，越看苏雾，沈淑英越是喜欢。生怕苏雾不想来十班，这样子的话，他会非常伤心的。顷刻间，沈淑英露出了一丝哀求的目光，苏雾心里一软，没有丝毫的犹豫，点了点头。见他点头，沈淑英立马喜形于色。 要不是场合不对，他就会抱起苏雾，原地转圈圈了。切！原本温馨的氛围，瞬间被陈桂芳一句阴阳怪气的冷哼声打断。苏雾微眯双眸，陈老师，既然你这般看不起十班，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就赌我们十班这次的月考能进年级前三。哈哈哈哈哈下一瞬，一阵哄堂大笑在四周响起，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最荒唐的笑话一样。哈哈，笑死我了！苏雾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竟然会觉得十班能在月考考进年级前三，不自量力！十班是什么东西？十班要是能进年级前三，我就直播吃屎；十班要是能进年级前三，我的名字下地狱就改成下地狱。众人嘲笑不止，都觉得苏雾简直在痴人说梦。陈桂芳更是一副看笑话的姿态看着苏雾。没问题，要是十班这个月的月考进不了年级前三，你苏雾必须从格兰特林退学；要是十班真的考进了年级前三，那我陈桂芳不仅要向你们十班道歉，还会离开格兰特林。 第二十章高三十班，陈桂芳敢这么大放厥词的说出这番话来，是因为他非常自信的知道十班月考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保持倒数吊车尾的状态。就因这股自信，他才敢这么口吐狂言。陈桂芳的一席话，让全班人都惊呆了，也让沈淑英皱起了眉头。不行，他说完，连忙将苏雾拉到一旁，只用二人听到的声音悄悄道：“苏同学，你没去过十班，对十班有所不知。十班的人一向是不爱学习的，而且距离月考只剩半个月的时间。” 要是你真的和陈老师定下赌约，十班不仅会输，你也会离开学校。方知沈老师的担忧，苏雾向他投以安抚的目光。沈老师，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末了，他还加多一句：“请相信我，我会让十班站起来，不再被人看扁。”沈淑英微微怔了怔，恍若苏雾身上带着一股神奇的力量，明知不可以，却总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要去信服。此刻，沈淑英的心情复杂至极，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理应要去阻止这荒唐的赌约，可是心底的另一种念头。 却又在不停地叫嚣着。苏雾看穿沈淑英的心思，他朝沈淑英微微勾唇，眼中满是笃定的神采。十班，他定会带着他们重新崛起，一飞冲天，再也不受任何人的轻蔑。沈老师，请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半个月后，胜负自见分晓。说完，苏雾走进一班班级，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下，淡定地收拾好东西，便跟着沈淑英出发去往十班的路上。看着苏雾离去的背影，宋子白皱了皱眉，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顾言之说话，总感觉苏雾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的他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信的魅力，还带着股飒气。怎么办？我不想让他离开一班。听着宋子白的话，顾延之瞳色微冷。要不你跟着他去十班？殊不知，顾延之这句话让宋子白陷入了沉思。似乎去十班也不错。高三十班，班上没有一丝学习该有的氛围，有人在打游戏，有人在包剧，有人在化妆，化妆就没一个人是在学习的。当苏雾随着沈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沈淑英无奈的叹息：“苏同学，你也瞧见了。” 十班就这是这种懒散的学习状态，想让十班进入年级前三，简直比登天还难。闻言，苏雾面色没有丝毫的波动，确实很困难。沈淑英，不过我有解决的法子。沈淑英愣愣的盯着苏雾，好奇他会用什么法子来治十班的学生。沈淑英走上讲台，开始发话：“同学们，安静一下，今天我们搬来了位新同学，大家热烈欢迎新同学苏雾。”周造，死寂一变，没有一个人鼓掌欢迎苏雾的到来。见此尴尬的场景，沈淑英脸色尬了几分。 他带头鼓起掌来，而后硬着头皮说道：“哈，<laughs> 苏同学，请你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看向苏雾，沈淑英姣好的面容上总是笑意盈盈。苏雾走上讲台，清冷的视线落在班里的同学们身上。“我是苏雾。”简单的四个字，仿佛被他喊出了将军发号施令般的气势。一时间，大家抬起头，纷纷看向他。今早苏雾在一班发生的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十班，自然知道他跟陈桂芳打赌的事情。很快，班上有人开口：“我们十班不是什么垃圾都会回收。” 尤其是一般不要的人，没错，真以为自己是谁？他也太自以为是了吧！还没进入十班，就想着带领十班进入年级前三，真是异想天开。什么人嘛？这是我们十班不欢迎他，让他滚蛋！十班的同学纷纷议论着。一名耳朵插着一根烟的男生从后座走到讲台，目光直逼苏雾，语气不善道：“喂，小妞，没听到这个班的人不欢迎你吗？还不快滚，否则下场就是挨揍。”说话的男生叫江玉峰，是格兰特林的校霸。 他在学校一向都是横行霸道惯，人人见他就像见到老鼠遇到猫一样避而远之。他以为言语上恐吓一下苏雾，他就会识相的滚蛋。可是今天他却碰上了一个例外，那就是苏雾。江玉峰确实是人人惧怕的校霸，可苏雾并不怕他。他淡漠的扫视了江玉峰一眼，眸中流转着一股凌厉的锋芒。你印堂发红，今日必有血光之灾。放学回家的路上，最好绕过学校旁的那条小路。众人，江玉峰，江玉峰一头黑线，你在胡扯什么？ 小爷今天可是阳光普照，没有一点晦气。江玉峰的小跟班勃然大怒：“你这小丫头片子，竟敢诅咒我们峰哥，找死啊！”苏雾看了眼江玉峰的小跟班胡子瑞：“你今日会有漏财之祸。”众人胡子瑞见他们用一副看白痴的眼神盯着他，知道他们不信，苏雾耸耸肩道：“希望你们明天不要后悔。”呵，敢在小爷面前装神棍，走着瞧，明日谁后悔谁是狗。江玉峰满脸不屑，眼见情况不对，沈淑英连忙给苏雾安排了座位：“苏同学。” 你就坐在江以宁同学旁边，江同学，你愿意吗？沈淑英不会执意的强行安排，会征询每个同学的意见。这样一个老师，怎能让人不去爱呢？江以宁偷偷看了眼苏雾，然后快速移开目光，红着脸点了点头。江以宁有着一张肉肉的娃娃脸，让人有股想要去捏他的冲动，超级可爱。苏雾坐到了江以宁身边，与他成为了同桌。在他坐下来的那一刻，本就脸红的江以宁此刻脸上更红了，他的双手不由自主紧紧抓着衣角，显得更加的可爱。苏雾看到江以宁这般模样，越发觉得好笑。 他的同桌还蛮可爱的吗？江以宁，我长得很吓人。苏雾忍不住打趣起他这位可爱的新同桌江以宁，身躯一震，万万没想到苏雾居然主动跟他讲话了。不，不是你长得一点都不吓人，相反，很很漂亮。由于紧张，江以宁说话都变得不利索起来。从他看到苏雾如何殴打何楚生的视频开始，就被他身上的飒气给惊呆了。他从未见过一个女生打架都能那么帅气。后来再见他利用电脑揪出了何楚生一家的犯罪资料，不知不觉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了。 如今得知他要来他们班，并且跟他成为了同桌，江以宁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第二十一章救江玉峰。放学时间到了，在学校看了一天书，没被人打扰的苏雾心情极好。原主在学习方面造诣很高，若不是抑郁症惹的祸，他定能成为人人羡慕的学神。有原主这么优秀的基因做后盾，再加上他快速看书的能力，只需短短几天时间，苏雾就已经把高三的课程全部学完。于他而言，学习原来也没这么难，尤其是数学，虽伤脑，但非常的有挑战性。 这种烧脑的挑战对苏雾来说很具吸引力。很多人都认为他让高三十班在这次月考进入年级前三是不可能的事情，却不知他早已有了计划。一个能够拿捏住大家心态的计划正在悄然形成。等到了明天，相信高三十班所有人都会喜欢上学习的。苏雾收拾好东西，单肩背包离开教室。他的同桌江以宁默,默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目光闪了闪，婴儿肥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决心。他今日亲眼目睹到女神一直在看高三的书籍，原来女神这么用功学习的。 为了跟上女神的步伐，从今日开始，他也要用功读书，向女神看齐。江以宁咬紧牙关，将书本塞进书包，迈出了六亲不认却又倔强无比的步伐，走出了教室。刚走出学校大门口，苏雾思考着，要不黑进傅宴慈的手机，找到有关他的联系方式，再将手机还给他。正想这么干时，苏雾打开手机，便收到了凤景修发来的微信，约他到聚仙阁吃饭，顺便买下昨晚的帝王绿翡翠。回复了一个好字，苏雾就给父母打去电话，告知他们一声，要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晚些回家，得到准许之后，苏雾走出校门，准备打车，却看到了江玉峰走进巷子的背影。他眼神暗了几分，无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与此同时，格兰特林学校的隔壁小巷子，江玉峰走在巷子中，回想起今日苏雾对他说过的话，让他放学后不要走这里，不然就会有血光之灾。江玉峰呵呵冷笑，偏偏不信这个邪。然而，就在他走到转角处时，看见前方站着几个一中的人，他们正用凶神恶煞的眼神看向他，眼中尽是敌视。江玉峰眯了眯眸子，shit。 怎么就这么倒霉，居然碰上了一中那几个混蛋！世人遇到这种情形，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跑。可江玉峰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逃跑的行为只有懦夫才会做，他不是懦夫。江玉峰拳头握紧，一步一步朝他们靠近，目光微冷不带惧。什么事？自然是来找你算账。江玉峰，离他远点，他可是老子看上的人。说话的人是一中的校霸秦旭，而秦旭口中的他，正是一中的校花韩智妍。最近江玉峰跟韩智妍走得比较近，引起了秦旭的不满。 情绪之前跟江玉峰又有过过节，他今日直接找来几个小弟，就是特意在此等候江玉峰，新账旧账与他一块算清。江玉峰吊儿郎当的依偎在一旁的墙上，眸色充满不屑。凭什么？江玉峰，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识趣的，就离韩志言远远的，否则老子现在就废了！情绪挥舞着拳头，恶狠狠的警告。可惜这样的威胁并没有吓退江玉峰。江玉峰嗤笑了声：“废了我？那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哼，老子还真不信！兄弟们动手，揍死他！ 情绪怒气冲冲的吼，话落，几人立刻冲上来，对江玉峰拳脚相加。江玉峰不屑一顾，一脚就将距离最近的一人踹翻。其余人见状，更是怒火中烧，抡起拳头，拼了命的砸向江玉峰。即便江玉峰拳脚功夫厉害，一人也难敌四人。很快，江玉峰就落败下风，被一群人摁在地上拳打脚踢，毫无还手之力。情绪嘴角浮起得意的贱笑：“江玉峰，你打呀，怎么不还手了？废物，旭哥，我现在有点尿急。” 不如撒泡尿给他喝喝。<laughs> 一人说着，伸手就要去脱裤裆。住手！这时，一道冷冽的女声突兀响起，所有人纷纷停止殴打江玉峰，扭头朝声源望去。只见一名穿白色 T 恤、牛仔裤、扎马尾的少女，踩着轻盈的步伐朝这边走来。江玉峰看清来人竟是苏雾时，眼底闪过震惊：他怎么会来？来找死吗？江玉峰咒骂了一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走上前将苏雾挡在他身后。这是我们之前的事，跟他没有关系。说完，他朝苏雾大喊。 还不快走！江玉峰身上挂彩的地方很多，看起来十分狼狈，却也不忘维护苏雾的安危，不让他卷入这场是非当中。可见江玉峰虽是格兰特林的校霸，可人品还算不错。苏雾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冲着江玉峰的这份人品，就他是他做过最正确的事。一中的几人看到苏雾后，纷纷吹起了口哨，情绪猥琐道：“江玉峰，你这小子可以啊！身边什么时候多了个这么漂亮的妞，也不介绍给旭哥，我认识认识。要不我把韩智妍让给你，你把身边的妞让给我。”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女生长得比他们学校的韩智妍还要标致，有了她还要什么韩智妍？哈哈！听着情绪猥琐的话，江玉峰眉头拧成川字，迫不及待的要和苏雾撇清关系。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们放他离开，放他离开！这么漂亮的妞，我怎么舍得让她离开呢？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旭哥说的对，这小美妞看起来还是个丑儿吧？嘿嘿，小美妞，你不是要救江玉峰吗？只要你肯留下来陪陪我们旭哥，我们就放了他。一群人污言秽语。 看向苏雾的眼神充满星号星号裸的垂涎。江玉峰握紧拳头，想要上去跟他们殴打，却被苏雾拽住。他疑惑的转头看向他，就见那张惊艳绝伦的小脸上，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可怖。江玉峰心下一颤，一股凉意自己被窜上来，让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苏雾身上散发的气息好可怕，就好像一只沉睡的野兽。下一秒，苏雾声音冷冽，犹如千年寒冰般响起：“一群废物也配！”第二十二章，兄长凤景修、秦旭等人皆惊愕的睁大眼睛。 似乎不敢相信苏雾会这么狂这么傲，呵，原来还是个辣妞，不错，我喜欢。情绪还没意识到危险，继续不知死活的猥琐着，是吗？苏雾嘴角勾起一抹诡谲莫测的笑容，他忽然抬腿朝情绪等人走去。众人见状，以为苏雾是在向他们妥协，纷纷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江玉峰连忙阻止：“苏雾，你找死啊！不要过去！”却已经来不及了。他以为等待苏雾的是一场劫难，想着冲上去营救他时，却见苏雾一脚踹飞两人，又迅速反手擒拿住另外两人。 动作一气呵成，干脆利落。嗷嗷、哦，哦、我的鸟！啊呀，我的菊花！嗯，嗯我的膀胱！靠靠，我龙的鼻子！江玉峰傻眼了。苏雾是什么怪胎？眨眼间的功夫就把四人撂倒，这也就算了，打的还是什么奇葩部位？愣怔了半晌，江玉峰这才反应过来，看向苏雾的眼神已没了先前的轻蔑和反感，取而代之的是敬畏和崇拜。他一脸狗腿的跑上前，嬉皮笑脸道：“雾姐，谢谢你救了我，你累不累？小弟帮你捶捶肩。” 看着江玉峰狗腿子模样，苏雾眉眼淡漠。怎么，今日我说你有血光之灾，可有错？江玉峰一愣，这才想起课堂上苏雾给他算命一事，他顿觉尴尬不已。本以为苏雾是在瞎说，没想到居然是真的。苏雾真的有几分真材实料，打架厉害，电脑厉害，就连算命也这般厉害。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江玉峰认真道：“误解，以后你就是我们高三十班的老大，我们全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听着江玉峰的话，苏雾唇角勾起一抹玩味，要的就是江玉峰的这句话。走了，明日见。苏雾转身离去，身后江玉峰笑着大喊：“误解，明天见。”解完江玉峰的事情后，苏雾打车前往跟凤锦修约定好的地方——聚仙阁。凤锦修坐在包厢里等候已久，苏雾推门而进：“抱歉，凤先生，久等了。无妨，我也是刚到没多久。”凤锦修温文尔雅的站起身，绅士的替苏雾拉开座椅，请坐。苏雾坐下后。 直接从书包里拿出价值两个亿的帝王绿翡翠，凤先生，请过目。凤景修哑然失笑。苏小姐，把你账户发给我，我立马吩咐助理给你打钱。苏雾点点头，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给了凤景修。很快，他的账户上就多出了一笔两个亿的资金。苏雾看向凤景修，微微一笑：“多谢凤先生了、啊。”这时，饭菜一一端了上来，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色，凤景修眸色柔和，不知苏小姐口味如何，我便自作主张多点了一些。我不挑食。苏雾看着这些菜肴。 食欲大开，也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苏雾的吃相谈不上多优雅，但却让人莫名的觉得赏心悦目。苏小姐，不知道为什么，初次见到你时，总觉得你我之前似曾相识。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更没有恶意。听到凤景修的话，苏雾微微惊诧地抬起头，原来凤先生也有这种感觉。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也有过这种感觉，觉得你非常亲切。亲切。听着苏雾毫不避讳的话，凤景修唇瓣勾起一抹浅笑。这也是第一次有人用“亲切”这个词语来形容他。 在他人眼中，他凤锦修一向都是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存在。不管是谁见到他，都恨不得绕路走，与亲切这个词丝毫不搭边。然而现在却被一个小姑娘形容亲切，他不禁觉得好笑。凤锦修不由得多看了苏雾几眼，一个足以把众人惊掉的想法冒出心头。他想认苏雾做干妹妹，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凤锦修都忘记了自己尊贵的身份，只想单纯的认苏雾当妹妹。冥冥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要是他错过此次机会。 定会后悔终生。凤锦修不动声色地敛去心中的异样，面色平静道：“苏小姐，既然我们两人都有这种感觉，不如我认你做妹妹吧，你可愿意？”正在吃着猪肉丸子的苏雾闻言差点噎住，他猛地抬起头，对视上凤锦修认真的目光。他没听错吧？他和凤锦修才认识一天都不到的时间，他竟然要认他做妹妹？苏雾尴尬地笑了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凤先生，你这是认真的？凤锦修点点头：“我很认真，也希望苏小姐能够考虑考虑。”当然。 苏小姐也不用急着回复我，等你想清楚了再答复我。见凤锦修如此执着，苏雾微微拧着眉，心思着为什么偏偏是他？像凤锦修这种天子骄子，不可能这般轻易的认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人做妹妹的。难道仅凭着他对他有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就认他做妹妹了？这也未免草率了些。苏雾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凤先生，我斗胆问一句，为什么偏偏是我？凤锦修沉默片刻，道：“苏小姐，实不相瞒，我本有个妹妹，如果我的妹妹还在世……” 如今也像苏小姐一样的年纪，有时候透过你，我就会以为你就是我的亲妹妹。若不是苏小姐父母健在，我甚至觉得你就是我的亲妹妹。他调查过苏雾的身份背景，也确认了她并非是凤家早年丢失的女儿。这一番话倒是让苏雾能够接受。见苏雾沉默不语，凤锦修以为他不愿，便笑着说：“苏小姐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想认我这个兄长，我是不会勉强你。”我愿意。凤锦修的话未尽，苏雾便打断了他。 这让凤锦修措手不及，一向冷静果断的男人第一次有些茫然。苏小姐，你刚才……苏雾凤眸弯弯，既然我都认你做兄长了，兄长怎么还喊我苏小姐？听着苏雾略带娇嗔的声音，凤锦修不由一笑。雾儿，苏雾眉梢扬起，看着凤锦修，他就会想起前世在凤云大陆的莫林君，他是他的兄长，对他极好的兄长。也不知当他知道他的死讯，会难过成怎样。第二十三章终于加上微信。其实苏雾认凤锦修做兄长，也是存有私心的。 除了那奇怪的亲切感外，还有凤锦修的身份以及背后的凤家。他昨夜上网查询了一下，凤家是金陵的老牌大家族，与燕京的富家不分伯仲，并称燕灵双雄，在华国实力权力惊人。他想在这个世界变得强大，少不了多认识一些人脉，而凤锦修将会是他打开人脉的钥匙。这一顿饭，二人吃得甚欢。凤锦修提议送苏雾回家，没曾想却在聚仙阁的大门外遇上刚吃完饭走出来的傅宴慈。傅宴慈看到他时，也感到微微的诧异。 当目光看到一旁的凤景修后，眉眼间的冷意便浓郁了几分。雾儿，我们走吧。凤景修没看到傅宴词，见苏雾站着不动，出声提醒着。苏雾想起傅宴词的手机还在他包里，既然见到他本人，就不用黑进他手机了。为了还傅宴词手机，苏雾想了想，就对凤景修开口：“兄长，我还有点事，你先回去吧，我可以自己回家的。凤锦修文言”凤景修闻言也没说什么，只是叮嘱苏雾早点回家后，就驾车离开了。凤景修走后，苏雾就在聚仙阁的门口一侧静静的等待着傅宴词。 此时，傅宴慈正与人交谈什么？看那些人，估摸着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夏夜的微风拂过，吹走了苏雾身上的燥热。等了约莫五分钟左右，傅宴慈他们终于结束了交谈。傅宴慈抬眸，视线落在苏雾身上，目光中有几许深沉。他向他走近，长腿迈下的每一步都带着压迫性。苏雾迎上他的目光，清澈如泉的眸子中倒映出傅宴慈的影子。你在等我？男人的声音听不出一丝情绪。苏雾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手机递给傅宴慈：“傅先生，我来还你手机。”傅先生，我来还你手机。 不好意思，昨天是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你放心，手机我已经消毒了很多遍，绝对干净。傅宴慈看着他递来的手机，没有伸手去接，眸底掠过一抹晦暗不明的光。苏雾看他没有要接的意思，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又道：“傅先生，你若是还嫌脏，那我……”他话还未说完，傅宴慈低沉带着丝丝不满的声音传入耳中：“苏小姐，你当真忘了自己说过的话？”苏雾男人见他一脸困惑，无奈道：“开黑，开黑。”二字一出，苏雾瞬间回想起当时在赌石场上。 他好像是对傅宴词说过有时间和他一起开黑玩王者闪耀的事，所以，所以这和他不接手机有什么关联吗？傅宴词不知道该说苏雾太单纯，还是他自己的情商有问题，这么明显的想要加他微信，他居然还不懂。男人语气颇具无奈的开口：“我们不加下微信，又怎么开黑？当真非要他说的这么明白，才能反应过来吗？想他堂堂燕京太子爷，何时主动问过别人要微信？苏雾是个例外，也是唯一的例外。”苏雾听了傅宴词的解释后，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感情昨夜他递手机给他，以及今日来还他手机，他都不接的原因是要加微信。苏雾奇怪的看了傅宴慈一眼。傅先生想要加我微信，其实不用这般拐弯抹角的，直截了当告诉我就好。傅宴慈，这个女人到底懂不懂？她是需要面子的。傅先生，你手机密码多少？男人眼神微冷，没有密码。苏雾全然没有发现傅宴慈情绪上的不对劲。他划开他的手机，果真如他所说的一样，是不设密码的。在当今人手一台手机的社会上，极少数人会像傅宴慈这般。 不给重要的手机设上密码，果然大佬的心理就是与众不同。找到傅宴慈的微信，打开，在添加朋友那儿输入了他的微信号。经过一番操作，二人终于加上了好友。苏雾这才把手机还给傅宴慈。这一次，傅宴慈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接过了苏雾递来的手机。既然手机已经交还到傅先生手上，那我就先行告辞了。再见。苏雾朝傅宴慈挥了挥手后，就听到男人的喊声：“上车！”苏雾转过身，疑惑地看着他：“我送你回去。”男人一副命令式的语气，可苏雾并不觉得有什么。 他心下一喜，有免费豪车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苏雾还得做做样子，要不然会显得他太不矜持了。他故意装出犹豫的模样，试探着道：“这会不会太麻烦了？”傅宴慈挑了挑眉，看出了苏雾的那点小心思。既然怕麻烦，那就算了吧。说罢，就准备离开。苏雾立刻拉住他的衣袖：“既然傅先生都开口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那就麻烦傅先生送我一程。”男人唇角勾起一抹浅笑，意外发现苏雾竟然还会有如此可爱的一幕。虽然他们二人相识时间不长。 但不管是可爱动人的他，还是聪慧狡黠的他，亦或者是冷漠孤傲的他，无论哪一种的他，都能让他移不开眼睛。看到他主动加凤锦修微信，心中会不爽；看到他和凤锦修单独吃饭，心中会吃醋。或许他早已沦陷了。将苏雾送回家，傅宴慈也回到了在盐城的别墅。贺潇和萧云在别墅里等候傅宴慈已久，一见他回来，两人连忙迎了上去。贺潇眸色凝重：“傅爷，后天就是月圆之夜，我已安排好一切，就等您动身回燕京。” 此次专家团队跟以往有些不同，老爷子花费了不少精力寻来了一名在国际上非常有权威且极少出山的医学界泰斗，程教授也答应为您看病。萧云紧接着道：“是的，傅爷，程教授医术了得，他对您的病情十分的感兴趣。”贺萧激动的开口，一想到傅爷身上的顽疾，或许以程教授的医术真能治好他们的傅爷，也不知傅彦慈到底有没有在听他们讲话，全程抱着个手机，也不晓得在捣鼓些什么。贺萧和萧云相互对视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困惑之色，两人偷偷摸摸的做着小动作，都在示意对方去看看傅爷到底在搞什么鬼，就是没一个人愿意上前找虐。毕竟傅爷这人总是阴晴不定，一不小心就会将你安排到落后的非洲，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没胆啊！第二十四章，傅宴慈手下的那班大佬贺潇和萧云，我推你，你推我，最后在一阵僵硬的气氛中，傅宴慈终于抬起头，扫视着站在客厅的二人。他们察觉到傅宴慈的注视，皆立马收起了那些小动作，纷纷垂首。 殊不知，傅宴慈刚才拿着个手机，不是在处理工作，更不是在聊天，而是在刷苏雾的朋友圈。看着苏雾朋友圈寥寥无几的三条动态，深邃的眸子微眯，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第一条朋友圈：冬天配火锅，绝配。图片是一家子吃火锅的照片。第二条朋友圈：如果喝水都会长胖的话，为什么不喝奶茶呢？配图是一只好看的手拿着霸王茶姬的图片。第三条朋友圈：孤独，绝望。第三条朋友圈是在前段时间发表的，与前两条朋友圈有着天壤之别。 前两条朋友圈明显能看出苏雾喜欢吃火锅和奶茶，可第三条朋友圈给人的感觉却是悲伤。若有来生，我愿为树，一夜之灵，窥见世间。傅宴慈的脑海忽而浮现出这句话，他目光猛地一沉：这小孩是怎么了？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让他发出这条绝望的朋友圈？难道是在学校过得不愉快？思至此，傅宴慈眉头皱得更深，沉声吩咐贺潇查一下苏雾在格兰特林到底经历了什么。听到傅宴慈吩咐他做的事，贺潇抬起头，有些发愣。 第一次斗胆不听从他的吩咐，傅爷，有关苏小姐的事能不能先搁置在一边？眼下最重要的可是您的病情啊！后天就是月圆之日，我们要赶紧回燕京，要不然您发病了，没办法控制体内那股狂躁的力量，该如何是好？萧云也想不明白，傅爷怎么就这么关心那个苏雾，连自己的病情都不放在心上。傅彦慈目光淡漠的瞥向贺萧，紧锁双眉，显得有些微怒。怎么，我现在是使唤不动你做事了？贺萧急忙低头，属下不敢，不敢，还不赶紧去办？听傅彦慈这样说。 贺萧只能无奈应声退下，傅宴慈的视线随即转向萧云，萧云恍若如临大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傅傅爷，您能不能别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怪怪渗人的。话音刚落，萧云立马后悔了，怪自己干嘛多嘴。萧云的额角渗出冷汗，眼珠滴溜溜乱转，试图找个借口离开。然而就在这时，傅宴慈突然开口问了他一句：“萧云，我记得你好像在玩游戏。”以为傅爷是在兴师问罪的萧云，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没曾想。 傅爷不仅没有罚他，反而向他问起了游戏。萧云愣愣的点点头：“是的，傅爷，我在玩王者闪耀。”虽不知傅爷为什么会突然问起游戏，但他不敢有丝毫的猜忌，连忙回应：“帮我下载一个什么？”像是听到了什么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萧云瞪大了双眼，满脸错愕。“你有意见？”傅宴慈冷眸扫射过去，萧云吓得浑身打颤。他哪敢对傅爷有意见啊？除非不要命了。萧云欲哭无泪道：“属下现在就帮您下载。” 萧云小心翼翼的给傅宴慈的手机下载了《王者闪耀》，下载完后，他试探性的问：“傅爷，属下已经帮您下载好了，需要属下教您怎么玩吗？”看到手机的图标上多出了一个新的 App 软件，傅宴慈微微挑了下眉：“你是觉得我很笨？”萧云说什么错什么，嗯、这位也太难伺候了。要是傅爷没什么吩咐，那属下先行告退了。嗯，傅宴慈微微颔首，萧云立刻如蒙大赦般，逃也似的离开了傅宴慈的视线范围内。确定傅宴慈看不到他后。 他立刻拿出手机，在一堆大佬群里发消息：“肖大帅，劲爆，劲爆，劲爆！赵金先生，南风入弦，枪杀天下无敌手，军火大亨，戏子多秋，祝你欢兵！”看着大家纷纷冒泡，肖云发了一个见笑的表情包后，紧接着发出三段语音：“肖大帅，你们有所不知，傅爷他变了。肖大帅，他竟然让我给他下载一个王者闪耀。肖大帅，我们认识傅爷这么久，何时见过他玩游戏的？傅爷他肯定有问题。本以为……” 群里的人看到他发的信息后，会跟他一样震惊不已。不想赵金先生，哦，南风入弦，哦，枪杀天下无敌手，哦，军火大亨，哦，戏子多秋，哦，祝你患病，哦，贺萧无聊，萧云什么情况？为什么大家知道傅爷玩游戏的事情会表现的这么淡定？萧大帅，难道你们就不觉得震惊错愕吗？这可是傅爷第一次玩游戏啊！该不会是游戏上有哪个妹纸在等着他吧？祝你患病，脑子不好使，记得找我。 全程为你服务，赵金先生，富氏集团旗下的盛余公司最近有意要跟《王者闪耀》合作一部偶像剧，傅爷提前了解一下，很正常。戏子多秋，傅爷要是在游戏里带妹，我就直播跳脱衣舞，枪杀天下无敌手。傅爷要是在游戏里带妹，我杀手之王位置不保。傅宴慈不知道他的人背着他建了个群，群里还经常聊一些有关他的八卦。他正全身心地研究着《王者闪耀》这款游戏的玩法。转眼第二天，苏雾照常去上课，当他踏进十班，就已察觉到了不同。 整个班级的人分别站成四排，一见苏雾进教室，立刻齐刷刷的朝他鞠躬问好：“雾姐，早上好！”似有一股黑社会的气场扑面而来。苏雾冷眼看着这一切，便断定是江玉峰搞的鬼。他看向江玉峰，江玉峰立刻嬉皮笑脸的走到他面前：“嘿嘿，雾姐，这排场怎样？喜欢不？从今日开始，我们十班全体人员认你做老大，我江玉峰就是十班的二当家。苏”苏雾，还二当家真把班级当成是山寨组织了。苏雾不理他，径直往自己座位走去。 见此，江玉峰连忙跟了过来，站在苏雾身旁，一副痞子相。误姐，你是不是不喜欢这样的排场？苏雾终于用正眼看向江玉峰，有这闲心弄这些，还不如用在学习上。第二十五章十班被邪物入体了。一听到“学习”二字，江玉峰似乎非常抗拒的将头摇成波浪鼓。学习，这辈子都不可能学习的。人生的四大乐趣，吃喝玩乐，学习什么的，简直就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和生命。江玉峰摸了摸鼻子，讪讪道：“雾姐，我是不会学习的。我要是学习……” 我就是狗哦，oh, 那好吧，还想着只要你愿意学习，我就教你打架。看来你是没兴趣啊。苏雾漫不经心的戳着江玉峰的心窝子。江玉峰，雾姐，你为何不早说？很快，班里不断传来狗叫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谁在班级里养了条狗呢。汪汪汪，雾姐，是不是我认真学习，你就教我功夫？江玉峰满脸期待的看着苏雾，他亲眼见识过苏雾打架是有多厉害。战斗中的他犹如杀伐果断的将军。 即便前方是千军万马，他也能在瞬间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的身手让他至今都在叹为观止。每个男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侠客梦，他也不例外。要是能跟苏雾学习到功夫，肯定会比现在强上许多倍。苏雾淡淡挑眉，说到做到。有他这句话，江玉峰顿时心花怒放，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打架。哦不，不是努力学习身手。说起学习，江玉峰忽然想起误解跟一班班主任陈桂芳打赌的事情，他眼眸沉了沉。误解可是有他罩着。 敢让他误解难堪？有没有问过他江玉峰同不同意？江玉峰思忖着如何对付陈桂芳，一个想法在脑海中迅速成型。他记得误解跟陈桂芳的赌注里提起过，只要他们十班这次月考能够考进年级前三，陈桂芳不仅会给他们十班道歉，还会离开格兰特林。这样一来，他们十班所有人要是努力学习，不但可以解决陈桂芳这颗毒瘤，还能不被其他人看扁。他们十班，这不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十班不发威，真当他们十班是病猫啊？这么想着。 江玉峰走到讲台，隆重宣布：“同学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十班所有人都要努力学习，好好上课，争取在这次月考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让其他人看扁我们十班。大家做不做得到？”此言一出，十班所有人怨声载道。奈何江玉峰在十班中威望极高，谁都不敢忤逆他的话。汪汪汪，吴姐，你放心，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不给咱十班丢脸，不给其他班的人看扁。擒贼先擒王。 看着江玉峰带领全班学生学习的那股冲劲，苏雾的唇角划过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从一开始，他就已经计划好，先让江玉峰信服于他，自然而然的，他的计谋才能实施的更加顺利。他和十班的人相处的时间不多，想让他们都好好学习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江玉峰。毕竟江玉峰身为格兰特林的校霸，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十班的老大，没人不敢不服。只需江玉峰一句话就足够了。江玉峰让他做十班老大，所有人听从。江玉峰让全班同学都学习。 所有人认命，自然当中定有人不服，只是碍于江玉峰的面子，不得不乖乖就范罢了。其骨子里却还是对他充满不屑和轻蔑的。苏雾并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高三十班在这次月考能够考进年级前三，仅此而已。不过他相信，过不了多久，高三十班所有人都会乖乖的对他马首是瞻。苏雾看着窗外，眸光闪烁着自信的色彩。片刻，他语气淡淡的朝全班同学喊道。 日后大家有不懂的知识点，都可以来问我。众人一听，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众所周知，苏雾的成绩跟他们一样差，不是倒数就是倒数。可如今他居然主动说要教他们做题，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不仅众人觉得荒谬，就连江玉峰本人亦是如此。呵呵，他尬笑几声，为了不让苏雾失望，只好硬着头皮道：“大家都听清楚没，没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误解。误解说什么就是什么。”哦，知道了。众人敷衍的回答，并未太在意。 全当苏雾是疯了，然而他们很快就会被现实啪啪啪的打脸。数学课上，数学老师按照惯例来高三十班上课。当他踏进教室，以为看到的还是如往常那样乱哄哄的场面，谁料乱哄哄的场面消失不见，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坐得整齐、表情严肃、一丝不苟的学生。他惊讶的张大嘴巴，下巴险些掉落在地上。数学老师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班级了，连忙退出教室，往挂在门口上的牌子一看，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高三十班”，确认无误后。 数学老师一边自我怀疑是不是老眼昏花了，一边走上讲台。他拿起保温杯喝一口枸杞茶，企图想压压受惊的心灵。然而，不等他缓过神来，下一秒又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十班全体同学齐齐站起身，朝他问好：“金老师好，金老师辛苦了。”噗呲，含在嘴里的枸杞茶尽数喷涌而出，咳咳咳，数学老师被呛得猛咳嗽，又是惊又是咳，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来。什么情况？十班被邪物入体了？呜呜、哦，他想回办公室。 十班恐怖如斯。等数学老师缓过神来后，他便开始胆战心惊地给大家教学。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煎熬。本以为十班突然变得这样乖，肯定是在酝酿着某种阴谋诡计，自然坚持不了多久。结果他提心吊胆了许久，竟然发现十班所有人都在认真听他讲课，看着不像是在演戏。为了试探他们是否真的在演戏，数学老师打算出一道题考考他们。以他们先前的性子，他出题让他们来作答，他们肯定会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将题目写在黑板上，数学老师镜片下的眸子闪过一抹金光。这是一道去年期末考试的题目，这么难的题，他斗胆肯定十班没人能够答得出来。他清清嗓子，同学们，谁上来答这道题？很快，他就能看见他们不耐烦的表情了。数学老师心里阴恻恻的偷笑。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露出不耐烦，反而还在台下拿着草稿纸认真答题。数学老师，他当场实话，一副见鬼的模样。这时，苏武抬头望向数学老师。 清脆悦耳的声音惊得室内的空气有那么一瞬间的凝固。老师，这题我来做。第二十六章：自古红颜多祸水。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苏雾从容不迫，款,款款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开始答题。看着苏雾上来答题，数学老师感到一点点震惊外，便摘下眼镜，拿起保温杯，淡定的喝水。他肯定是答不出来的。台下很快就响起窃窃私语：看着吧，他肯定答不出来。他之前的成绩那么差，这题一看就很难。只不过在装模作样罢了。要不是看在峰哥的面子上， 我才不会认他做老大呢！我也是，嘘，都小声点，要是被峰哥听到，你们全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台下各种讨伐苏雾的言论，并没有影响到他在台上的发挥。众人都不相信他真的能够把题做出来，写对答案，纷纷用看热闹的心态等待着结果揭晓。殊不知，这题于苏雾来说很是简单，刷刷刷的，短短一分钟不到，苏雾就已经把长长的答案给写出来了。啧啧，他写的答案还挺长的吗？可惜了，乱答一通，虽然答案不对，但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的字却写得非常漂亮。听到这个同学的话，大家立刻仔细打量起了他的字。确实，刚才他们只顾着议论苏雾，并没有注意到苏雾的字竟然如此好看，充满灵气，没有女儿家的娇羞和扭捏，反而多了几分狂野。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洒脱和自信。苏雾放下粉笔，视线清冷，宛如月下白眉，淡淡开口：“老师，请阅。”听到苏雾的声音，数学老师平静地嗯了一声：“做的还挺快的，肯定是不会做才会这么快。”数学老师心里想着，他缓缓将眼镜戴起来。 这才看清黑板上的内容，先是被一手好字惊艳住了视线，随即当看清答案后，脸色顿时大变。他慌忙站起身，连保温杯掉落在地发出脆响都毫无察觉。这可是他偷偷摸摸存了好久的私房钱才舍得买的保温杯啊！平日里磕了碰了都要心疼好久，可如今因为一道题，他舍弃了最珍爱的保温杯。数学老师小跑着来到讲台，细细端详着黑板，眼眸中满是不可置信：怎么会？这答案的做法显然运用了大学大三才学到的公式，为什么苏雾能够做得出来？ 印象中，他可是一名成绩常年倒数的差生啊！不仅运用了大三公式，还在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将正确答案写了出来。往年这道题目可是期末考试的附加题，对于高三学子来说难度系数高，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出正确答案的。可苏雾做到了，比要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同学做出的速度还要快。难道苏雾是块宝？那为何他之前成绩这么差？数学老师想不通。他抿了抿唇，体内的心脏在这节课上都不知道受到了多少惊吓。他扶了扶眼镜。 干咳两声，开口：“答案是是，肯定是错的呗。”数学老师还给他们卖起了关子，没点意思。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脸上都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正确，数学老师缓缓吐出这两个字。什么？数学老师的一句话让班级陷入了死寂，谁也不敢相信苏雾竟然真的把题做对了。该不会是蒙对的吧？可数学老师接下来的话让大家不得不相信，苏雾不仅把题答对，还运用了大学才学到的公式来做题。之前做这道题用时最短的学生也要三分钟才答出来。 可苏雾只用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将答案写了出来，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让人难以置信。哈哈，不愧是我误解，原来误解数学这么厉害！江玉峰激动道，就好像是他答对题一样。一下课，数学老师连忙拿起东西回到了办公室，他捂着心脏瘫在了椅子上，久久缓不过神来。金老师，你这是怎么了？英语老师担心地问。还能怎么？肯定又是被十班那群兔崽子给气的呗。物理老师摇摇头，唉，十班那些同学，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了。 化学老师哭丧着脸开口：“我早就提醒过你们，让你们别给十班上课，反正上了他们也不会听的，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在其他班级身上。”一班班主任陈桂芳一脸嫌弃，听着老师们都在吐槽高三十班，数学老师这才坐直身体，隐晦的卖起关子：“各位老师，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十班跟往日大不相同，希望你们有所准备，迎接十班带来的惊吓。”说完，他不再理会老师们怪异的视线，哼着小调批改作业去了。陈桂芳冷喝呵：“还能有什么不同？” 难道还变乖了不成？接下来，每个去十班上完课的老师都是一脸茫然的回到办公室，捂着胸口瘫在办公椅上。而他们在课堂上出的每一道难题都被苏雾轻松答对。经过一天时间的见证之下，十班同学早已麻木，对苏雾也有所改观。夜晚，苏雾做了一下奥数题后，就拿着手机玩王者闪耀。猛然想起答应傅宴慈的事，他返回到微信给傅宴慈发去信息：“Queen，开黑，并发送一条匹配邀约到他微信。” 彼时正在公司里开视频会议的傅宴慈收到信息后，立马推掉上百亿合约的国际会议，拿起手机进入游戏，来到苏雾组建的房间里，站在一旁看着全过程的贺萧，完犊子了！自古红颜多祸水，君王好色，红颜白骨，倾城倾国亦不过如此。难道他们的傅爷真的好苏小姐这种口味的？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苏小姐除了长得好看之外，还有哪点能够拿得出手的？贺萧欲哭无泪，傅爷为了美色不惜推掉上百亿的合约，他是爽了，可却苦了他。 所有的烂尾都由他来收拾。苏雾游戏的名字叫《恶言女帝》，这个游戏名是他兴起的。起初原主的名字叫《你的爱我的泪》，当时苏雾看到这个名字时，真的被惊到了。这是什么非主流名字，又土又难听？难道原主是葬爱家族的继承人？苏雾对这个名字不忍直视，不惜忍痛花钱买了个改名卡，最终改成《恶言女帝》。《恶言女帝》这个名字才好听，让人一看就给人一种相当霸气的感觉。恶言女帝，傅先生方便开语音吗？第二十七章女帝男宠。 盐城今日的夜，星光璀璨如繁星，一轮明月当空悬挂，将某栋办公楼映照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办公楼的最顶层，傅宴慈拿着手机坐在偌大的落地窗旁，俯首看望，能将整个盐城的人间灯火尽收眼底。话筒里传来苏雾声线轻柔的嗓音，比平日里的淡漠多了几分娇脆，轻而易举的撞进男人的心尖上。恶言女帝，傅先生方便开语音吗？带着点软糯的声音传入耳畔，男人英俊冷硬的五官浮现出几丝温和，他打开王者语音。 薄唇微扬，女帝男宠，方便。一开始苏雾还没注意看傅宴词的游戏名，等他看清楚的时候，差点就把手机给甩飞出去。苏雾，女帝男宠，他是看到他的名字后故意改成这样，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苏雾无语个无语，想不明白，像傅宴词这样金贵高傲的天子骄子，怎么会起这种不伦不类的名字？莫非平日里看他这么富裕，全靠一张脸吃饭，俗称小白脸？苏雾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毕竟傅宴词。 完全有当小白脸的潜质，便不再纠结傅宴慈的游戏名了，只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同一片天空不同位置的傅宴慈并不知道，他在苏雾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毁的差不多了。王者闪耀是腾飞科技最火爆的一款游戏，有着各种花式作战的玩法，尤其是五 v 五王者峡谷最受大众欢迎。它分为四种模式：一、匹配模式；二、人机模式；三、开房间；四、征召模式。其中匹配模式又分为经典匹配、排位匹配等等。 经典匹配可以邀请认识的好友一块玩，也可以让系统给你匹配到其他队友。经典匹配不论段位都可以玩在一起，而排位匹配就不一样了。低段位的玩家匹配不到高段位的玩家。王者闪耀排位赛总共有十个段位，分别是：倔强青铜、秩序白银、荣耀黄金、尊贵铂金、永恒钻石、至尊星耀、最强王者、无双王者、荣耀王者、传奇王者。傅宴慈是新建的账号，至今都没玩过排位赛，所以没等级。至于苏雾现在手上玩的这个账号。 原主先前也不经常玩，段位等级也就在倔强青铜，比傅宴慈高那么一个等级而已。苏武和傅宴慈玩的是经典匹配，点击开始，很快系统就给他们匹配到了三名队友。看他们名字和头像，估计是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生的游戏名叫 “em 八五腹黑学长”，王者段位是最强王者十颗星，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游戏主播，他的直播间里在线观看人数目前有一万人。另一名男生的游戏名是“杨村村霸”，王者段位是至尊星耀二十颗星。 而那名女生的游戏名是楚楚乖乖，她是抖快的舞蹈网红，抖快上的账号粉丝有五百万人，王者段位是至尊星耀六颗星。腹黑学长的直播间里，当观众看清楚匹配到的另外四名队友信息后，一排卧槽在屏幕上弹的密密麻麻。网友一：卧槽，腹黑学长这次运气不错啊，竟然匹配到了大网红楚楚。网友二：卧槽，我是楚楚的粉丝，我超爱她的。这波匹配六百六十六，立刻分享给我的兄弟们。网友三：卧槽。 真的是楚楚，楚楚老婆，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网友四，难道你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在另外两个菜鸟身上吗？这波比赛有点悬啊！此刻腹黑学长估计在 emo 了吧？网友五，大家快看看菜鸟的名字，好 low 啊！女帝男宠，笑死我了，哈哈！现实中该不会是一对奇葩情侣吧？网友六，求求了，这两人是小学生吧？还是什么肥猪流物闯入不属于他们的地盘？他们应该回到属于他们的猪圈去，别来影响腹黑学长的发挥。OK，高阳小区。 腹黑学长坐在竞技房前，看着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弹幕，笑得开怀。真没想到他今日运气这么好，竟然匹配到了大网红楚楚。有他在，他就不信直播间的热度不蹭蹭蹭的往上涨。果然，没多久，楚楚乖乖的粉丝纷,纷纷涌进他的直播间，人数一下子就涨到了三万人。他们一边刷着弹幕，一边刷着礼物。看到这个数据，腹黑学长笑得见牙不见眼，匹配到两名菜鸟的阴霾也都一扫而空。兄弟姐妹们，让你们看看。 本学长是如何带着这两名菜鸟杀出一条血路？腹黑学长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完，下一秒又在队伍里开口：“楚楚，村霸给力点哦！还有女帝、男宠，只要你们不送人头给敌军，我带你们躺赢。”杨村村霸，放心，楚楚乖乖。M 学长哥哥求带飞。而苏雾和傅宴辞一声不吭，这高冷的态度引得网友们的不满和嘲讽，但还不忘赞美一番楚楚。网友一：哇塞，楚楚声音好甜，甜进老公的心坎里。网友二： 菜鸟们怎么回事？没见腹黑学长跟他们说话吗？哑巴了。到了选英雄的环节，楚楚乖乖选了最擅长的法师妲己，杨村村霸选了坦克程咬金，恶言女帝选了刺客花木兰。众人见到苏雾竟然选择打野花木兰，又开始了一阵冷嘲热讽。菜鸟不应该选个辅助或者坦克稳妥点吗？竟然选花木兰，他到底知不知道打野对前期抓人和打团帮助很大？楚楚乖乖，小姐姐，你不如选个辅助吧，可别拖累我们队伍的后腿哦。腹黑学长看到苏雾选花木兰。 欲哭无泪，女帝小姐姐，要不你换个英雄？花木兰不适合你。苏雾听了他的话，乖乖换了个英雄，换成了李白，而且还是从未玩过的英雄。众人，他这是跟打野过不去对吧？无奈之下，腹黑学长只好选了射手孙尚香。最后只剩傅宴词还没选英雄，他见苏雾选了李白，他便选了辅助大乔。没人知道他已将王者闪耀的英雄资料查阅了一遍，谁跟谁是 CP，包括隐藏 CP，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李白和大乔是众所周知的野辅 CP。 男人深邃的瞳眸里有着抑制不住的向往。浮世三千，何为喜欢？就像他们成为真 CP。第二十八章：苏雾游戏开挂，比赛开始，欢迎来到王者闪耀。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苏雾的队伍是蓝方，对手是红方。红方战队有上路坦克项羽，中路法师貂蝉，下路射手鲁班七号，打野兰陵王，辅助明世隐。红方战队的阵容看起来比蓝方战队的阵容强上不止一丁半点。直播间的观众见状，都是一片哗然。输了,了，输了。 比赛还没打就开始输了，我方阵容明显比不过敌方啊！敌方最低段位是星耀，我方最低段位是没段位。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看楚楚老婆打游戏。同样，腹黑学长也感觉这波赢不了，毕竟双方实力悬殊太大，对方都是星耀以上的段位，比起他们队伍里的那两个菜鸟，赢的概率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在跟一个成年人比枪法一样的可笑。为了不输的太难看，腹黑学长开始指挥起来：大乔、傅宴慈，你别跟着李白，苏我。 你过来下路跟我。傅宴词直接把腹黑学长的话当成耳边风。他保护的人只有他，其他人不配。腹黑学长见大乔，傅宴词无动于衷，差点气炸。大乔，你聋了？我叫你过来，你没听见？傅宴词冷冷开口：“你不配。”众人啊，短短三个字的声音好听到能让耳朵怀孕，这是什么神仙级别的声音？网友们，一分钟内我要男宠全部资料。某男酸溜溜道：“说不定是用了变声器。我要是用变声器也能弄出这样的声音，迷死你们这些花痴女人。” 此刻，网友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在比赛上，而是沦陷在傅宴词充满磁性的声音里。傅宴词的一句“你不配”，让腹黑学长彻底暴走。这是他直播生涯里有史以来最没面子的一次直播。他好歹是一名小有名气、粉丝百万的游戏主播，最强王者十星段位，竟然被一个啥段位都没有的菜鸟骂不配。试问，他不配谁配？腹黑学长冷哼：“既然我不配，那我就躺着吧。这场比赛我可带动不了你们这两只不听话的菜鸟。没有他，看他们还想怎么赢？楚楚乖乖。” 学长哥哥别生气，男宠还不快给学长哥哥道歉！没有他，我们队伍根本赢不了。杨村村霸，腹黑学长一生气，队伍群龙无首，死翘翘。开局六分钟后直接投降吧！网友们乐了，刚开局，双方都还没开始打，蓝方队伍就起了内讧，这比赛还打个屁啊！就在众人以为这场比赛没什么悬念的时候，一条紧接着一条的系统信息不断传出：一杀 first blood，滴滴血，李白击杀兰陵王，双杀 double kill，二连击破，李白击杀貂蝉。 三杀 triple kill 三连绝胜，李白击杀鲁班七号；四杀 ultra kill 四连超凡，李白击杀明世隐；五杀 ultra kill 五连绝世，李白击杀项羽，敌军全军覆没。众人，蓝方、红方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蓝方就五连绝世，红方已全军覆没。卧槽！六六六六六六六！女帝逆天啊！这尼玛怎么可能？这才开局三分钟啊！我眼睛没瞎吧？这特么不比竞技赛精彩？三分钟就拿下了对方五个人头。最最最重要的是。 五个人头都是一个菜鸟拿下的，用的还是一个没玩过的英雄。直播间弹幕疯了，所有人也都疯了，唯有傅宴慈眼眸充满骄傲，月华照射在他身上，仿佛镀上了一层与有荣焉的光荣感。他直接开怼：“腹黑学长，现在你觉得还配吗？”“腹黑学长，他不配。”“杨村村霸，女帝这妖牛会不会是某个大佬的小号？”“楚楚乖乖，估计不是，不过一个菜鸟能这么厉害，该不会是……”后面的话，楚楚乖乖没有继续往下说，故意让人浮想联翩。 以至于不少人顺着楚楚乖乖没说完的话不断猜忌，苏雾有可能开挂了，才会这么厉害。另一边，楚楚乖乖坐在电脑前，眼神不满、音质和不屑。原本打算在直播间装逼，没想事发突然，被一个菜鸟抢走所有风头。敢抢他好楚楚的风头，那就别怪他让网络喷子喷死这个菜鸟。游戏还在进行中，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苏雾再次越塔强杀，又拿下一个人头。下一秒，苏雾清冷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传到蓝方众人耳中。 一传到腹黑学长的直播间里，大乔、傅宴慈跟紧我，别管他们，姐带你飞！南方四人直播间弹幕：好狂好傲，声音好冷，好好听。随后满屏都在夸苏雾的声音和操作，不同楚楚乖乖嗲,嗲萌的声音，苏雾的声音不娇不媚，很有穿透力，更有一种让人想要臣服的威严。眨眼间的功夫，系统又在提示苏雾连杀两人的消息。腹黑学长咂舌了，没想到人家不仅不是菜鸟，还是一个低调的大神。虽然大家都在说他开挂，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相信他没有开挂。见女帝这么厉害，腹黑学长也顾不上他是否开挂了。刚刚还在气头上的他，下意识有种被大神罩着的感觉，即刻变得狗腿起来。腹黑学长，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谁说我们这波赢不了？不是科目三了不起，而是抱紧女帝大腿，躺赢更有性价比。腹黑学长，女帝，男宠，对不起，请原谅我刚才的任性。我现在要认真起来了，绝不拖累你们后退。玩王者闪耀这么久，他就没见过比女帝操作还要骚的女玩家。红方队伍不淡定了，貂蝉。 卧槽！对面这个妹子好猛啊！鲁班七号，谁能可怜下我？刚复活不到五秒，又又又被杀死。明世隐，哭唧唧！蓝方李白不是人，还让不让人玩了？项羽，我项羽的大刀在李白面前是玩具，这么不堪一击。一个个都在寻求安慰，唯有红方的兰陵王在公屏上打下文字，举报蓝方李白开挂。苏雾是青铜段位，他的这番操作确实很难让人不怀疑是否真的有开挂嫌疑。怀疑归怀疑，毫无悬念，这场匹配赛全是苏雾的个人秀。 最终以单杀三十个人头而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除了强大的实力以外，他也多亏了傅宴词这个辅助，才打得如此漂亮轻松。不得不说，傅宴词玩的大乔是一个合格的辅助，无论苏雾跑到哪里，傅宴词准能跟得上。他们二人仿佛天生一对，配合得相当默契。这场匹配赛一结束，王者闪耀官方立即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多条的实名举报，举报苏雾有开挂嫌疑。第二十九章，官方澄清：王者闪耀官方统计了一下实名举报。 恶言女帝开挂的人数足足高达五万人，差点导致软件瘫痪。这一下子，王者闪耀官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慌了。这是他们有史以来遇到举报人数最多的一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管理层急急忙忙召集王者闪耀团队的技术骨干回公司开会。腾飞科技的第十层是王者闪耀的办公区域，如今王者闪耀的团队也有上百人。大晚上的突然闹这么一出，要是不给广大玩家一个交代，恐怕这是没办法善了。此时，王者闪耀的办公区灯火通明。 在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人的会议室里，坐着王者闪耀的十几个技术骨干，他们每人的前方都摆放着一台电脑。坐在正座上的是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他正是王者闪耀的总经理贺秋明。贺秋明看着下面的技术骨干，脸色非常不好看。有没有人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其中一个技术骨干负责人站起来，拿着电脑投屏到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总经理，各位请看大屏幕，我已经查到了事情的缘由，全因一个名叫恶眼女帝的玩家引起的。今天晚上，她加入了一场匹配赛。 只有青铜段位的他匹配到了星耀以上段位的玩家，其中一位是个小有名气的游戏主播，EM 八五腹黑学长，当时他正在直播中；还有一位是个抖快的大网红，楚楚乖乖。由于女帝玩家出神入化的游戏操作，加上他段位极低，大家都在怀疑他有开挂嫌疑。贺秋明眉头微蹙，一个段位这么低的玩家，却有五万网友实名举报。技术骨干负责人继续开口：“是这样的，腹黑学长当时正在直播，直播间里的人数有很多，不少人都对女帝玩家的操作存在怀疑。” 匹配赛结束后，大网红楚楚又在抖快上发了一条关于女帝玩家开挂的视频，再加上红方队友的投诉，便造成了如今这种现象出现。那女帝玩家到底有没有开挂？为了不污染游戏的环境，开挂成了王者闪耀的禁忌，一旦发现，后果严重。眼下的局势是要认清女帝玩家到底有没有开挂，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不管女帝玩家是菜鸟也好，是高手也罢，一旦发现有开挂嫌疑，立即封号，取消注册资格。可一旦发现他没有开挂， 确确实实是被冤枉的，那么王者闪耀就会还他一个公道，极力证明他的清白。王者闪耀之所以能做到今时今日还能有这么火爆的热度，除了精美的游戏界面和逼真的英雄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一视同仁，不存在任何的偏袒，这是他们做游戏的原则之一，一直会保持下去。技术骨干负责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就将苏雾他们开黑的视频投放到了大屏幕上，请大家看向大屏幕，这是女帝玩家的游戏操作视频。 当会议室里的众人看完苏雾在游戏上厉害的操作后，都被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玩家，居然有着这样高超的技术水平。就算是打竞技的职业选手，也做不到开局三分钟就拿下五个人头的记录。怪不得能引发出一阵轰动，感情是见不得一个女孩比他们还要厉害。有人不服，有人酸，不肯承认别人优秀，见不得别人好，是人的一种天性，嫉妒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在心态。他们本身就带着私心，本性使然，很难改变。台下有人感叹发声。 怪不得一个普通的玩家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技术简直不比职业选手差。如果他当真没有开挂，将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职业选手。听着大家的话，贺秋明陷入沉思。他抬起头，眼眸闪过一阵精明，立即吩咐：“快查查看他到底有没有开挂。”五分钟后，大家给出的结果都是一致：女帝玩家没有使用任何开挂功能，她这是实打实的用真技术在玩游戏。贺秋明心下一喜，既然他没有使用开挂功能和手段，那他的实力到底能强到什么地步？ 就是不知，要是让女帝玩家跟职业选手打一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发生？思至此，贺秋明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一见这位一夜间能将整个王者闪耀玩家给轰动的女玩家，亦或者说新晋大神。让公关部准备一下，发公告澄清女帝玩家没有开挂的嫌疑，好还人家一个清白，更不能让他对咱们王者闪耀游戏团队充满失望。还有，开发部明日一早立刻给我联系一下这名女帝玩家，我要让他加入 R G 战队。R G 战队。 是隶属于王者闪耀团队组建的一支专门打竞技比赛的职业战队。像他们这种专门打竞技赛的战队有很多，一旦被其他战队的人发现女帝玩家的优势，肯定会来抢夺的。所以，为了不损失一名得力干将，他们必须尽快联系到女帝玩家，不能让他被其他人抢走。苏雾开黑的视频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尤其是楚楚乖乖变相在说苏雾开挂的那条视频，已经过十万赞、几十万转发量，评论区的评论一致都在骂苏雾开挂。 心疼楚楚乖乖，让他别为这种人生气。此时，郝楚楚看到网络上的舆论发酵，心情无限好。他刚开一把匹配赛，见自己竟然匹配到一名游戏主播，想着好好打，定能在直播间里装一波逼。没想到，他的风头都被一个女帝的玩家都抢走了，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女帝玩家身上，不仅让他装逼不成，还让他死了十几次，一个人头都没拿下，害他在直播间里出尽了糗。这个耻辱无论如何他都要抱回来，敢抢走他风头！ 就要承受接下来暴风雨的袭击，所以他就在抖快上发了一条有关苏雾开挂他卖惨的视频。他的粉丝见他被人欺负，纷纷出来为他讨公道。就在郝楚楚得意万分之时，王者闪耀官方及时发出了一条澄清文件。文件内容除了女帝玩家没开挂的内容，还有一些让人眼馋的奖励。当那些一直在网络上辱骂苏雾开挂的喷子见状，纷纷闭,闭上了嘴巴，没人敢质疑官方公布的这条公告。毕竟众所周知，王者闪耀的官方一向都是公平公正的。 第三十章五千六百五十一种世界语言。王者闪耀的澄清公告一公布，没多久就上了热搜。大家都知道错怪了苏雾。很快，王者闪耀的世界频道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现象。玩家一：恶言女帝，对不起。玩家二：恶言女帝，对不起。玩家三：恶言女帝，对不起。玩家四：恶言女帝，对不起。整个世界的公屏上全都是“恶言女帝，对不起”的字幕。不知情的人一头雾水的吃着瓜，后来听知情人士一说，立马翻找苏雾开黑的视频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怎么会有人把游戏操作玩的这么六千六百六十六？玩王者闪耀的人本来就巨多，很快苏雾就拥有了一批游戏粉，添加他为好友的人不计其数。苏雾突然这么出名，这还得多亏于郝楚楚在网络上的热度，也让苏雾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知名度。事情发展至此，苏雾仍旧不知情，他已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本来心情极好的郝楚楚得知此事后，差点吐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的视频评论区甚至有不少黑粉进行恶评，说他见不得女帝比他厉害，声音比她好听。 就在网络平台上无凭无据带节奏抹黑女帝，豪楚楚眼神散发着恶毒的恨意。要是被他知道恶言女帝是谁，定让他好看。为了挽回形象，豪楚楚深夜开直播，在直播间里卖惨说，说误会恶言女帝的事，以至于一些无脑粉心疼他，纷纷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日一早，锻炼完回家的苏雾撞见准备出门干农活的父母。今日太阳火辣，想到父母要顶着这么大的太阳在地里风吹日晒，不由心中酸楚。一个想要买房的想法在苏雾脑海中产生。父母对他很好。 他想尽他所能给父母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现在他的身上有卖帝王绿翡翠的两亿元，他想给父母买房，给父母钱用，让他们不要这么辛苦。日后他也会有更多更多的钱，可他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去跟父母交流呢？这两亿元的来处，难道要说是不小心买了刮刮乐中奖得来的？别说是父母不信了，连他自己都不愿相信。那得积了多少辈子的福气才能靠刮刮,刮乐中两亿呀、啊？苏武思来想去，决定先把房子买好，再找个合适的时间将买房的事情告知父母。兀尔，桌面上有你爱喝的豆浆。 和妈妈做的豆沙包，记得吃了早餐再去上学。临出发前，苏母林艳琴还不忘叮嘱他吃早餐。雾儿，这里有一百块，你这上学用钱的地方多，该花就花，不用给爸爸省钱。苏父苏国明递了一张百元大钞，塞进苏雾的书包里。看着眼前对他散发着爱意的父母，苏雾心中划过一阵暖流。父母去地里后，苏雾准备一下也要出发前往学校了。他打算就在这个周末去市里看下房子，看到合适的就直接买下来住。苏雾昨晚在王者闪耀发生的事迹。 已经在格兰特林传开了，只不过没人知道，他们口中的主人公正是苏雾。清晨的格兰特林笼罩着薄纱般的轻雾，苏雾穿着一套休闲服来到高三十班，班上的同学正激动地讨论着《王者闪耀》里面的恶眼女帝。快看，这就是女帝的操作视频，是不是超级无敌厉害？我手机没电，快让我看看！我去，爱了爱了，女帝的这番操作，怎么会有女玩家把王者玩得如此帅气？昨天我吃瓜到深夜，幸好官方及时给女帝澄清了开挂的嫌疑，否则女帝不玩王者。 一代大神将毁于一旦。昨夜世界频道才叫一个精彩！大家都知道误会女帝后，一致发弹幕：“恶言女帝，对不起。嗯”自从说要好好学习后，我昨天熬夜自习，没有上王者，错过了精彩吃瓜的瞬间。来到班上的苏雾，听到大家口中的名字，当场错愕在原地。恶言女帝，这不是他的游戏名吗？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事情。雾姐，你来了，你玩不玩王者闪耀？见到苏雾进来，江玉峰立马跑到他的座位旁。嗯，玩。 苏雾如实回答，江玉峰将他的手机递到苏雾面前，献宝似的说道：“雾姐，你快看，王者一夜之间出现了一位堪比职业选手的大神，这操作没一个人是不服的。”苏雾往视频上瞄了一眼，视频里正在打龙的人不就是他吗？苏雾挑了下好看的眉头，疑惑问：“你是说这个女帝一夜间出名了？雾姐，你也被她的技术震惊一脸，对不对？我们学校几乎玩王者闪耀的人都快成为她的粉丝了，可惜就是找不到她的社交账号，想目睹一下大神的芳容都看不了。雾姐，你有所不知。” 女帝之所以被这么多人知道，那是因为一个叫楚楚乖乖的网红。细细听江玉峰把话讲完，苏雾这才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如此。第<丁>第五个任务已发布，请宿主创建抖快社交账号，七天内涨粉到一千万，将获得丰厚的奖励，精通五千六百五十一种国际语言。苏雾啥？五千六百五十一种世界语言？苏雾呵呵冷笑。为了这五千六百五十一种国际语言，还不得巴拉巴拉赶紧创建账号涨粉了、啊？苏雾连忙下载抖快软件，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名字就叫恶眼女帝吧，主要是她懒得想名字了。注册完后，她返回手机界面，打开王者闪耀。刚打开一秒，即刻闪退，怎么回事？是软件 bug 了，还是她的手机老化了？这台手机是原主自己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装而来的，手机的系统比市面上常见的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都要强大许多。原主用了好几年，一点卡顿的情况都没有出现过。可眼下，他刚进入王者闪耀就被闪退出去，又是怎么一个情况？苏雾不明所以，他再次点进王者闪耀。 再次闪退，不信邪的苏雾连续进了好几次。经过不懈努力，在第 n 次的时候，他终于登录上了账号。不登不知道，一登差点让他吐血。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老是会闪退了，因为他游戏账号被几万人添加好友，被几万人私聊，出现这种情况不卡才怪。为了不让外人继续加他为好友，苏雾直接屏蔽了添加好友的请求，同时利用黑客技术将私聊信息清空。殊不知，苏雾所做的一切都落进了一双充满惊愕的眸子中。 第三十一章，注册抖快账号，涨粉一千万。江以宁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一双圆溜溜的眸子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恶言女帝是苏雾、哦，苏雾就是恶言女帝。得知这个事实后，江以宁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现在非常激动，激动的想要尖叫出声，可他却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只能用崇拜的眼神来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江以宁的眼神太过炽热，想让人不察觉都难。苏雾猜想到江以宁或许知道了什么，转头凝视着他，用一根食指抵在唇边。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不要大声喧哗。江以宁使劲用力的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苏雾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就是恶言女帝，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恶言女帝非常火爆，要是被大家得知恶言女帝就是苏雾，恐怕他的日子就无法这么安宁了。江以宁一直都在玩王者，他看了女帝的操作视频后，也深深为之震惊，粉上了女帝。得知女帝就是他的同学，那颗激动的心久久都无法平静下来。怎么办？他好激动，好激动，好想拥抱女帝。 江以宁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平复下来，他小心翼翼地看向苏雾，只有二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轻轻问道：“误解，我我能成为你的游戏好友吗？”“可以，加个微信，把游戏账号发来。”苏雾声音很轻，却足够让江以宁听清楚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要不要和误解握个手？真没想到，误解竟然要加他微信。当然，握手什么的，他只是想想而已。他能加上误解微信，成为他的游戏好友，已经是天降恩赐了。他刚刚还不小心瞄到了误解注册了抖快账号。 他不仅要成为误解的游戏好友，他还要成为误解抖快上的第一个真爱粉。昨天苏雾在每个课堂上大放光彩，今日就有不少同学鼓起勇气来请教苏雾他们一些不会做的题。苏雾不仅耐心的给他们讲解，而且解题思路非常独特，让他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经过一天的相处，大家对苏雾佩服不已，对他学习不好的猜忌也都消失了。虽然大家想不明白以前学习不好的他怎么突然间学习变好了，可谁又会去计较呢？大家都不是那种喜欢刨根究底的人，既然想不通。 那就没必要去想，有这八卦的功夫，还不如用在学习上。说来也奇怪，以往的十班在格兰特林是出了名的差生班，让他们学习，还不如让他们去死。可自从苏雾来了以后，仿佛一切都大变样了。不爱学习的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悄悄的改变，这让全校感到无比的震惊。十班的学风变了，不少人都在议论纷纷。十班这两天的大变样，放学走在校园小道上的苏雾，碰巧听到了校草顾言之和校花严可清的谈话。严可清声音轻柔，言之。 你真的不打算管苏雾了吗？他可是跟陈老师打赌了，要是输掉他，他就不能待在格兰特林。可清，你就是太善良了。我早就说过，他的事与我无关。顾言之声音冷冷的开口。可是他也太可怜了吧？听到顾言之的话，严可清心底划过一抹快意，可是脸上却装作一副非常同情的模样，好似真的在为苏雾着想一般。顾言之皱了皱眉，语气更冷了几分。那是他活该，自作孽不可活。可清，难道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你的？你就是单纯，还在替他担心。 当时我也是不小心，你就别放在心上了。听到严可清善解人意的话，顾言之却不赞同了。可清，有些人一旦犯错，若是知错能改，还能原谅；可要是明知犯了错却死不承认，那这种人我们就没必要去跟他来往。要不是他爸救过我爸一命，他也读不起格兰特林。这些年，我爸对苏家可谓是照福有加。他不懂感恩就算了，还说服我爸让我和他在一起，想想就让人觉得恶心。像他那样心思歹毒的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上他的。说完。 顾言之认真的看向严可清，眼眸流转间皆是温柔。可清，你是知道的，我心中已有了喜欢的人。顾言之心中喜欢的人是谁，严可清又怎会不知道？顾言之是盐城首富之子，长得又帅气，他要是能跟顾言之走到一起，严家肯定可以借此飞黄腾达。严可清娇羞的和顾言之目光相触，男孩凝望着他靓丽的容颜，两颗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在二人准备相拥在一起时，就看见苏雾目不斜视的朝他们身边走过，吓得他们二人瞪大了双眼。 似有一种背后说人坏话被正主抓到包的感觉。他们肯定苏雾把他们的对话全都听见了。苏雾，你等一下！见苏雾无视他们二人，严可清连忙喊住了他，来到他跟前。苏雾望向严可清，目光冷漠而陌生。严可清一愣，他怎么感觉苏雾看他的目光充满了嘲讽和厌恶？他咬着红唇说：“苏雾，不是你想的那样。言之，他不是有意要说你的。”看着严可清虚伪的嘴脸，苏雾眸光寒冷至冰点。说完了吗？什么？严可清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说完就滚开，好狗不挡道。听到苏雾的话，二人相继愣在原地。严可清心中更是愤恨不已，这个苏雾，他怎敢骂他是狗？但转念一想，苏雾很快就能离开格兰特林，心中的气便消散了些许。不过，在他离开格兰特林前，他也不能让苏雾好过。苏雾不是喜欢顾言之吗？那他就好好演一场戏，让顾言之对他说出最狠的话，让他彻底绝望。严可清心里打着主意，表面却露出了伤心欲绝的神色。他泪眼汪汪的看着苏雾，委屈的道：“苏雾。” 是我不对，我这就让开。苏雾，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可清，要不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也不会喊住你。你倒好，居然对他这样的态度，果然是农村里出来的，一点礼貌都不会。第三十二章，校花颜可清。顾言之见不得颜可清对苏雾这么卑微，顿时气急败坏地维护起他心爱之人，全然忽略了苏雾眸子里毫无温度的神情，如同冬夜的寒风，让人心生寒意。言之，苏雾他不是有意的，你别责备他。得到顾言之的维护。 严可清心底涌起无穷无尽的喜悦，她善解人意地说着，一张俏脸上继续露出满是委屈的神情，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真的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瞧见严可清脸上的委屈，顾延之心疼极了，他心中全是对苏雾浓浓的厌恶。可清，我知道你善良，但你越是善良，某些人就越得寸进尺。还有，你别靠近他，难道你忘了他上次推你下楼梯的事？不提这件事还好，一提这件事，苏雾的眼神便冷沉了几分。当时，严可清找到原主。 让原主放弃顾延之，二人便在楼梯口起了争执。严可清正好看到正在上楼梯的顾延之，他掐算好时间，自导自演了一场戏码，装作是原主推他，自己则顺势从楼梯上摔落。幸好当时顾延之稳稳接住了严可清，才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原本就不喜欢原主的顾延之，以为是原主推严可清摔下楼梯的，因此对原主的印象更加差了。而原主又是一个不喜欢解释的主，他便一直背负着这个歹毒的罪名，让自己陷入舆论风波中。 难道世间所有男人都辨别不了白莲花绿茶婊吗？还是说他们明明能辨别的出来，却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原主是个不喜欢解释的主，他就不一样，他可稀罕解释了。想到这，苏雾脸色阴沉起来，那双漆黑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狠厉和决绝。严可清和顾言之不知苏雾心中打定了什么主意，他们只觉得苏雾的目光变得骇人起来，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感受到苏雾的眼神变化，严可清缩了缩脖子，一双美丽的眸子里。 闪过惊恐，苏雾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散发出这么恐怖的神情？肯定是他的错觉。严可清在心里给自己找借口，一边努力平复自己紧绷的神经。当初他掉下楼梯一事，皆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但那又如何？即便今日提起，他也不带怕的，因为所有人都认定是苏雾推的他。他在大家的印象里，苏雾就是一个心思歹毒之人。就算苏雾极力辩解也没用，他无凭无据，大家只会信他颜可卿。严可清不会相信苏雾的，毕竟他当时可是观察了四周。 发现没有监控，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冤枉苏雾。严可清的嘴角噙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下一秒就听到苏雾极淡的声音，带着袭人的寒意传来：“顾言之，我想你应该不知道枪的英文是什么吧？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g n 顾言之脸色瞬间煞白，似乎完全没料到苏雾会这么对他说话。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喜欢他吗？既然是喜欢他，那又为什么会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顾言之紧蹙起眉头，不等他开口责备，苏雾再次嘲讽出声，只不过这次是针对严可卿。 你当真以为我拿不出证据？说完这句话，苏雾懒得再看他俩，直接推开挡道的严可清，朝前走去。严可清被苏雾推了一下，毫无防备的摔在了粗糙的地板上，他疼得倒抽一口凉气，就见手掌瞬间磨破皮，渗出鲜血来。可清，你没事吧？顾言之一惊，立马跑过去扶起严可清。严可清痛苦地皱起秀眉，眼泪啪嗒啪嗒往下落，却还是轻声说道：“我没事。”言之，瞧见严可清受伤的手，顾言之感到无比的愤怒。 他轻轻抬起严可清的手，眼中满是心疼。可恶，苏雾，他怎敢动手推你？你这双手可是用来弹钢琴的手。也是，他当时都敢推你下楼梯，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今日他推你之事，我是不会放过他的。看到顾言之为他抱打不平，严可清低垂着头，嘴边勾勒起一抹诡异的笑容。这摔得值，苏雾，今日一摔之仇，我总有一天会让你偿还回来。严可清不动声色地遮住眸底的得意，抬眸看向顾言之，便恢复了往日的柔弱。 言之，你不要为难他，他估计是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心中有气才。后面的话，颜可清虽然没有继续往下说，但顾言之也猜测出来。他冷声开口，语气中透着一股坚定：“可清，你别替他开脱。我知道你善良，但他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善罢甘休，我定会帮你讨回公道。走，我现在送你去医务室包扎。可可是刚刚那一摔，我的脚好像也有点痛。”颜可清娇弱的说道，故意表现出一副很痛的模样，眼角还挂着两滴晶莹剔透的泪珠。 看得顾言之更是怜惜，他二话不说，一把抱起颜可清，抬脚就往医务室走去。路过的学生见此一幕，纷纷尖叫出声：“啊！顾校草竟然抱着颜校花，这是什么梦幻联动啊！天哪，我要疯了！我看见顾校草对颜校花温柔至极的样子，好幸福啊！顾校草好帅，好 man 哦！我也想让他给我公主抱，我想给顾校草生猴子。呜，我的女神被他的盖世英雄接走了。听着耳畔的尖叫，颜可清脸色通红，眼神更是娇羞起来。” 他故意将身体贴紧顾言之，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脑袋深深埋入他的胸膛。星号。与此同时，网络上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掀起轩然大波。苏雾今早注册的抖快账号，并在游戏个人主页的简介上填写上抖快的账号名字后，到今天傍晚已有十万人的关注量。以这样的速度，破百万粉只是迟早的事情。可要想破千万粉，那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回家的路上，苏雾盯着抖快上的粉丝关注量，深深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系统只给他七天时间涨粉一千万，他要怎样才能快速涨到一千万的粉？就在苏雾你没思考的时候，他的眼神忽然间带上了一股肃杀之意。有人在跟踪他。第三十三章，幕后之人竟是他。当苏雾发现有人跟踪他时，他的脑子里已经将怀疑对象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可结果却是一片空白，因为他得罪过的人太多了。跟踪的他的人显然不知苏雾已经发现了他，依旧悠哉悠哉的一路尾随着。此刻，苏雾容颜清冷，面无表情。 唯有一双眼睛迸射出凌厉的杀意，仿佛意欲捕猎的巨兽，在紧紧等待着猎物的自投罗网。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不知死活的在跟踪他，跟踪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为了尽早引蛇出洞，杜绝后患，苏雾故意拐进一个死胡同。跟踪他的人见状，果然上钩了，立即掏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过去。躲在死胡同里的苏雾静静的等候多时，终于听到一阵脚步声，匆匆向他这边走来。他人呢？一道熟悉的女声，见死胡同里没有苏雾的身影，顿时怒气冲天的喝问身旁的人。 奇怪了，明明我亲眼看见他进了死胡同，就一直没出来过，怎么这会儿却不见人影？跟踪苏雾的人一脸懵逼地说。女人闻声更加生气了，收了我的钱，让你们看个人都看不好，要你们何用？废物，废物！看着女人气急败坏的样子，苏雾柳眉轻拧，一缕淡淡的烦躁爬上眉梢。原来花钱雇人跟踪他的幕后指使者正是方桃。苏雾的表情很严肃，眉眼深深透出几分冷厉。总有些人就是喜欢在他面前刷存在感，喜欢作死。 方桃今日不惜花钱派人跟踪他，难道是要报上次的赌石之仇？眸光微凝，苏雾的眼中闪过一抹狠厉的杀气。既然他今日送上门来找死，就休怪他没有心慈手软。下一秒，苏雾的薄唇间蓦然传出话，一如既往的孤傲一世，杀响全场，惹人灵魂深处怵然一颤。你们是在找爸爸我吗？屹立在一根十米高柱子之上的苏雾，犹如神奇一般居高临下的睥睨着底下的六人。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一跳的众人，连忙顺着声音抬头望去。 当看清楚柱子之上的苏雾时，一个个顿时面露惊恐之色。只见站在十米高柱子上的苏雾，穿着一身廉价的运动服，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气息，令人心生畏惧。见到这一幕，所有人的脑海只浮现出两个字：变态！贱丫头，你是怎么上去的？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方桃的脸色极度难看，一副恨不得将苏雾千刀万剐的模样。他今日之所以会亲自出现，除了想要报上次赌石的仇恨，更多的是要毁了苏雾这个贱丫头。当时他和苏雾打赌输掉，本就气不顺。 没想到第二天，接二连三的重重打击都落到他身上来。方家倒了，方氏集团被收购，他这才知道，打击方家和方氏集团的人正是苏雾身边的那个男人傅宴慈。集团被收购那天，他也因此知道了男人的真实身份，正是燕京的太子爷傅爷。那一刻，他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他想过男人的身份不简单，但他从没想过会这么不简单，背景深厚，拥有恐怖势力。如果说傅宴慈是天，那他连蝼蚁都算不上。 当初要是知道贱丫头身旁男人的身份如此强大，说什么他也不敢招惹贱丫头，更加不敢自讨没趣的凑到傅宴慈面前。眼下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方家倒了，他不再是方氏集团的总裁。既然他过得不如意，那傅宴慈他们也别想好过。他动不了傅宴慈，那他就动他在意的女人苏雾。苏雾从十米高的柱子上一跃而下，仿若给人一种神灵一般的错觉，让人不敢靠近，不敢亵渎。 所有人震惊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纷纷不敢相信苏雾竟然从十米高的地方直接跳下。这么高跳下来，不是伤就是残，大家已经能想到苏雾的结局。然而，结果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悲观。只见苏雾平稳地落地，丝毫没有受伤的迹象，反而是方桃在苏雾落地的瞬间，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踢到他，害他摔了一个狗啃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众人还没回过神来，他们根本来不及震惊苏雾的身手，就听到方桃爆发出痛喊声：“啊，痛死我了！” 你个贱丫头，竟敢绊我！我拿你的命！方桃一脸的狼狈，你们都瞎了吗？还不赶紧动手！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听到方桃的话，五名壮汉一拥而上，朝苏雾扑去。苏雾那张百年难得一见的容颜，早就勾得他们心痒痒了。他们岂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这样纯洁的美人，不比在那些场所下万人骑的女人香？苏雾不慌不忙，脸上没有露出一丝胆怯，倒是眼底带着浓烈的不屑，仿佛看蝼蚁一般扫视着这群蠢货。砰砰！五人刚一靠近苏雾。 还未来得及伸出魔爪，就被苏雾轻易撂倒在地，一个个哀嚎出声。整一个过程足足用了三秒，就把五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给解决了。这等本事令人啧舌。方桃眼中满是惊惧，他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来了，连退数步，一脸震撼地望着苏雾：“这怎么可能？这个贱丫头竟然有这么强的身手！他雇佣的这五个人可是常年混迹在黑暗世界，在刀尖上舔过血的，怎会敌不过区区一个丫头？”苏雾肃杀的眼神扫向方桃，他的嘴角挂着冰凉至极的笑容。 宛如从地狱归来的恶鬼，令人毛骨悚然，浑身寒意直冒。只是被他扫了一眼，方桃不禁打了个哆嗦。转瞬，苏雾不再看他，而是扫向那群被他撂倒的废物，抬起脚，一步一步朝他们走去。每一走一步，便有一股摄人的气息自地面散开，仿佛置身于冰窖，冷得他们牙齿打架。苏雾的步伐很慢，每一步都踩在人的心脏上，令人心生惶恐。直到他走到五人面前，几人都快被吓傻了，连忙忍痛朝后挪动身体，生怕苏雾会对他们下手。别。 别杀我们！我,我们也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他给了你们多少钱？苏雾冷声质问。五五十万。听到这个数目，苏雾眉梢微挑，显然是不满意。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才五十万！众人，现在是谈这个的时候吗？不想，接下来苏雾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人欲哭无泪。第三十四章，他的眼睛被他蒙上。苏雾拿出他的手机，打开收款码，展示到五人面前，直接来个霸王硬上弓。想活命，把五十万转过来。他宁愿将这笔钱拿去捐了，也绝不能便宜了他们。 混混们，方桃现在是活命要紧，没命有钱也享受不了。很快，苏雾的账号上便收到了一笔五十万的资金。本以为苏雾会就此放过他们，五人站起身，正想溜走的时候，不想他之后说的话让混混们为之一震，无疑是不打算给方桃活路。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苏雾的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冷意，众人齐齐看向他，害怕、恐惧全都袭上心头。姑奶奶，五十万我们都已经给您了，您还想怎样啊？那人哭丧着一张脸问道，语气带着祈求。 苏雾黑瞳微闪，眸底的杀气一闪而逝。他让你们怎么对我？大家都清楚。苏雾口中的“他”指的就是方桃。方桃似乎意识到什么，脸色瞬间煞白。他明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想要逃跑的决心不管再怎么强烈，可双腿就像被灌了铅一样，动荡不得。混混们不敢有丝毫的隐瞒，立马老实交代：他买通我们几个，让我们奸了你后，再将你卖到黑市的红灯区。黑市的红灯区是一个不合法的性服务场所，里面的女人不是被拐来，就是被卖来。 亦或者是被惩罚过来服务客人的，但凡有不听话的女人，都会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比如贩卖到缅国的某个地方，惨遭非人一般的折磨。苏雾没想到方桃竟然歹毒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倘若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命运会多么悲剧。苏雾的眼神越发冰冷，周围的温度急速下降。他不忍，就别怪他对他心狠手辣。他让你们如何对我，你们就给我加倍的奉还回去。苏雾语气森冷，像是从地狱里传出来的鬼魅之音。混混们闻言。 顿时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要了他们的命，什么都好说。他们是舔过刀口、见过血的人，自然看得出苏雾并非普通的人，是个狠角色。他们吓得连连点头，只要姑奶奶您高兴，您想要我们做什么都行。不不不，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我可是方家大小姐，方氏集团的总裁。方桃此刻真的意识到害怕了，开始语无伦次起来。她完全没想到苏雾真的敢这样子对她。哈哈，方家都倒了，方氏集团被收购，你现在还算得上什么方家大小姐？不过是一个落魄的千金罢了。 其中一名混混不屑的笑道：“据说方家大小姐至今还没结过婚，不知那层魔还在不在？哈哈，待会不就知道了。兄弟们，你们还等什么？赶紧给他服药吧！”说着，五个混混连忙扑向方桃，将他压在了身下，继而将一瓶不知名的液体喂进他的口中。这瓶东西是黑市出了名的化情水，女人一旦喝了它，就像一只发不完情的野猫，欲罢不能，唯有被男人疼爱，药效才能慢慢消散。啊！你们走开，不要碰我，我不要喝这种东西。 给我滚啊！你们这群臭男人，你们收了我的钱，不是让你们来欺负我的！救命！苏雾，你快让他们走开！要不是你，方家也不会倒，方氏集团更不会被收购。你不，方桃后面的话还未说完，就被一阵阴鸣声所代替。很明显，药效开始渐渐生效了。此时的方桃陷入了一种极其难受的状态，他想要的更多，更多。看到如此动情的方桃，混混们纷纷嗤笑出声：“吃，没结过婚，还以为能有多纯情，没想有，倒还是一个浪女。”兄弟们，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言落，有混混开始急不可耐地脱起裤子，逐渐昏暗的死胡同里不断响起了方桃痛苦并快乐的叫声。整个死胡同散发着一股淫靡之气，令人作呕。苏雾静静地站在原地，就像是一尊雕塑，忍着恶心，面无表情的观赏着这辣眼睛的画面。然而他才看到混混们准备脱裤子，眼睛瞬间就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覆盖上，顿时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一道熟悉的气息凑到耳边，滴滴响起一道磁性的嗓音：“不许看，少儿不宜。” 属于男人身上好闻的气息萦绕鼻端，苏雾怔愣片刻，随即轻笑一声：“好，无需看看是谁。”苏雾便知道遮住他眼睛的人就是傅宴辞。什么少儿不宜？他今年都十八岁，已经成年了。想着有免费的看，不看白不看，而且还是六 P。傅宴辞继续蒙着苏雾的双眼，带着他远离这处肮脏之地，直到上了车，他的眼睛依旧被那双大手蒙着。苏雾不解地问：“怎么还不放手？”傅宴辞这才松开他，刹那间眼睛有些不适应车内的光线。 苏雾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再睁眼便看到脸臭得如锅底一样的男人。他的唇瓣抿成一条线，浑身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怎么了？你这是？是哪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得罪了脾气不好的傅先生？苏雾笑着说道，并不知傅宴慈之所以黑着一张脸，都是因为他，而他竟然还能没心没肺地笑得出来。傅宴慈的脸更黑了，都快要比包青天黑上一个度。要是我不出现，你打算看到什么时候？傅宴慈越想，心里越是不得劲，忍不住问出心中所想。知道傅宴慈话里的意思。 苏雾无所谓的耸耸肩，或许看到他们结束为止，又或许看到无聊想走的时候。傅宴慈，他有些气急败坏。苏小姐，你一个女孩子看这种少儿不宜的东西，像话吗？感受到男人的怒气，苏雾感觉有些奇怪，傅宴慈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可他并没有往深处去想，淡淡的说：“首先我已经成年了，其次讲真，只许你们男人好色，不许我们女人也好色吗？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俗话说，食色性也。” 意思就是吃饭和色性是人的天性。第三十五章，我今晚可不可以去你家睡觉？苏雾的反驳让傅宴慈有种哑口无言的无力感。他倚在椅背上，脸上的神情深邃不明，让人看不透底。见男人不回话，苏雾倒是突然想起方桃说过的话，歪头看向身旁的男人：“傅先生，方家倒了，是你功劳吧？”嗯，傅宴慈没有否认。苏雾那张忽明忽暗的小脸落入男人眼中，他的眼神缓和了些许。这是他应有的下场。方桃得罪苏雾，就该承受后果。 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软，尤其是关于苏雾的事。往后，苏雾成了傅宴慈的逆鳞，谁也碰不得。任何伤害过他的人，都会遭来他报复性的打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见男人承认苏雾，倒也没有太意外，笑了笑。不都说男人难过美人关吗？像方桃长得不耐，我以为傅先生会怜香惜玉呢，没想到出手这么狠，不好看。什么？苏雾愣是没反应过来。男人的视线落到他脸上，却是一本正经的说道：“他没你好看。”苏雾这才反应过来，以为傅宴慈是在变相的夸赞他。 嘴角勾起灿烂的弧度，嗯，我也是这么觉得。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听好听的话，尤其是被傅宴慈这种大帅哥赞美，会更加让人心生欢喜。苏雾那双狡黠的眸子闪过一丝傲娇，傅宴慈不动声色地将这抹傲娇看在眼里，嘴角扬了扬，真是一个自恋的小孩。行驶的车内再次陷入一阵沉默。很快，苏雾忽然语出惊人的话音打破了这份安静：“傅先生，我今晚可不可以去你家睡觉？”闻言，司机程叔猛地晃了下车辆。 差点就把车撞到路边的花坛上，苏雾猝不及防，倾斜到一旁，瞬间摔到了傅宴慈的怀里。傅宴慈修长有力的大手扣住他的腰际，以防他再次摔倒。他垂着眸，似笑非笑的睨着他。开了三十年车子的程叔，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尴尬又惊人的场景，他忍不住轻咳一声，透过后视镜想要道歉的时候，却无意瞧见二人相拥的画面。这一下子，程叔再也不淡定了。我的老天爷，傅爷这是铁树开花，开窍了！从小看着傅宴慈长大的程叔。 还是第一次看到傅宴慈这般抱着一个女的，不禁老脸一红。这事他必须禀告给老爷子和老夫人知道才行。闻着男人身上熟悉的气息，苏雾的目光落在腰间的大手上，继而抬起头看向傅宴慈。两人近距离的接触，他甚至可以看清他睫毛上的纹理。傅先生，你是不是从未抱过女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苏雾一脸的无辜，而后坐直了身体。本来带点暧昧的氛围，却因苏雾的这句话消失殆尽。傅宴慈，他松开揽着苏雾腰肢的手掌。 薄唇抿成了直线，脸上也浮现出几分僵硬之色，显然对苏雾这句话很不理解。但他还是淡淡嗯了一声。果不其然，苏雾哎了一声：“嗨，怪不得这么用力搂着我的腰，硌得我怪疼的。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傅宴词。”司机程叔，傅爷喜欢的女生貌似在情感上面反应有些迟钝啊。程叔在心里默默替傅宴词加油。追妻道路漫漫长，任重而道远。道路千万条，追妻第一条，说话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傅宴词差点被气笑了。 谁能想到他是因为紧张才稍微用了点力？眼前的女孩不解风情就算了，还当面嫌弃他。傅宴慈的表情一变再变，终究还是没忍住，再次将苏雾一把搂进怀中，声音沙哑又磁性。这次呢，满意没？苏雾瞬间瞪大双眼。要是换做其他女孩，的第一反应便是害羞，可苏雾眼神却是一冷，直接一个爪子拍过去，声音清冷：“傅先生，请自重，我不是富婆，没钱包养你。”苏雾没忘记傅宴慈取了一个男宠的游戏名，心里已经认为他。 就是那种专门吃软饭的小白脸，不管是司机程叔也好，还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车子也罢，亦或者是他现在拥有的身份和地位，都是他哄富婆开心得来的战果。可惜傅宴慈这次看走眼了，他对小白脸没兴趣。瞬间懵逼的傅宴慈朝苏雾投递一个不解的眼神。我有的是钱，不用你养我，我养你。自然后面这句话傅宴慈没有当面说出来，他怕吓跑他。傅宴慈并不知道苏雾已经对他有着深深的误解。苏雾抬眸睨他一眼，一本正经的教育着：“你是有钱，但你的钱。” 是你靠卖色相赚来的，傅先生，我念在你帮我过，我便好心的提醒你一句：做人就应脚踏实地，别把心思放在歪门邪道上。傅宴慈眉梢一挑，总算是明白过来苏雾指的是何意。他不知是该气还是该笑。司机程叔差点就笑出声来，这得是多大的误会才会认为傅爷是个吃软饭的人啊！平生第一次有人这么认为。更让人震惊的是，傅爷竟然没有大发雷霆，反而是好言质问苏小姐：“在你眼里，我就是那样的人？”其实傅宴慈想不明白，苏雾怎么会认为他是那种吃软饭的人。 就你王者的游戏名啊！正经人哪有改男宠的？除非就是故意的，改成这种名字就是想在游戏上勾搭富婆。我说的没错吧，傅先生？苏雾一板一眼地说道。这话一出口，连傅宴慈和程叔都愣住了。傅爷还玩游戏？玩就算了，还把自己的游戏名改成男宠。一边开着车的程叔一边吃着惊天大瓜，真没想到衣冠楚楚的傅爷竟有这方面的癖好。倒是傅宴慈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嘴角狠狠抽了抽。女帝男宠这个名字。 是他根据苏雾的游戏名想来的。既然她是女帝，那他便做她的男宠，唯一的男宠。没成想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傅宴慈深邃的眸深深看向苏雾，从他救他的那刻起，就注定了他在他心里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和他相处过短短的几次，他似乎对他身边所有的事都充满兴趣。他很想去挖掘他，看看这个女孩身上到底藏着多少惊喜。他承认，他对他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或许是喜欢，又或许是一时兴起。总而言之，苏雾现在于他来说是特别的。 一个贪婪的想法盘缠在他脑中已久，他想尝试和她在一起。第三十六章，想办法住进傅宴慈的家。傅宴慈想和苏雾在一起的想法一冒出，便是越发不可收拾。他知道他真的要栽了，只不过在这之前，他不能操之过急，把好不容易难得遇见一个心动的女孩给吓跑了。傅宴慈想了许多许多，苏雾也同样想了许多。他在想，是不是戳到傅宴慈的痛处了？不然他为什么只定定的看着他却不说话？他是不是家中有困难，才迫不得已当起软饭男赚钱的？ 他是不是把话说的太直白？应该委婉点说。苏雾似乎意识到自己把话说重了，于是立马补救。傅先生，刚才我只是……下一秒，傅宴慈打断苏雾想要说的话，声音低沉悦耳：“我不是软饭男。”苏雾眨巴了一下双眸。那你这游戏名？游戏名是系统自动给我取的。傅宴慈随意扯了个借口搪塞。他暂时不能让他知道他取这个名字的含义。原来如此，不过还挺巧合的。苏雾得知自己误会了傅宴慈之后，心里也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这误会可真够大的。 要是他的空间在就好了，里面有许多奇珍异宝，可以用来送给傅宴慈作为误会的补偿。可惜他的空间没有在他重生的时候随身携带着，唯有等完成十个系统任务，复活半生神兽钱多多，才能解锁空间。毕竟钱多多就是上古空间的守护神。叮咚，触发支线任务，今夜想办法住进傅宴慈的家，成功解锁上古空间。当神游的苏雾听到第六个系统发布的任务后，整个人彻底傻眼掉了。头顶上飘过一群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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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完全没想到系统这次的任务会这么变态，竟然让他住进一个男人的家里。苏雾呵呵冷笑，企图说服自己，他住进傅宴慈家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解锁空间。傅宴慈察觉到他脸上细微的变化，不由问道：“怎么了？”苏雾干咳两声，掩饰自己想要骂人的冲动，摇摇头：“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今晚能不能去你家睡觉。不止今晚，之后的每天晚上，他估计都要在他家睡觉。这变态的要求是变态的系统提出来的。”再次听到这话。 傅宴词倒显得淡定多了，没有第一次听到时的那般震惊，不过心跳加快依然还是有的。他没有问苏雾今晚为什么要住进他家，而是道：“嗯，但你父母不担心？”见傅宴词答应，苏雾深邃的眼神散发着晦暗不明的光。今晚无论如何，他都要住进傅宴词的家，因为他看出了傅宴词的状态很不对劲，这可能跟他身上的毒有关。在第一次救傅宴词给他治疗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身上。 带有一种奇毒，本就懂医术的他一直都喜欢专攻一些疑难杂症。傅宴词身上的毒他从未见过，所以就比较感兴趣些。虽说傅宴词现在没什么异常，但保不准他什么时候会毒发。他估摸着毒性发作也就在今晚跟明日之间。为了以防万一，他干脆提出要去傅宴词家里睡的想法，顺便提一提要在他家常住的事情，不知他会不会同意。至于他家里人，他自然有法子应对。苏雾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就说：“我家里人那边无需担心，跟他们说一声就行。” 傅宴慈听罢，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很快，迈巴赫驶入坐立在半山腰的别墅区内，停在了一座占地面积极广的独栋别墅门口。二人下车，傅宴慈带着苏雾进入门内。风华别院，寸土寸金，是盐城最高档的豪宅，价格高的离谱，有钱未必能买得起。因此，住在里面的人非富即贵，不是普通豪门就能招惹得起的。苏雾不断打量着屋内的装饰，低调奢华，简约又不失雅致，很符合傅宴慈的气质。他们坐下后。 闻讯赶来的何妈连忙倒了两杯茶走过来，那眼神直勾勾的盯着苏雾，就好像婆婆看儿媳，越看越满意。何妈把茶递给傅宴慈后，转头对着苏雾道：“姑娘，请喝茶，谢谢。”苏雾礼貌的道谢，端起桌上的茶水喝了一口，看着苏雾的一举一动，何妈眼睛亮晶晶的，眉眼笑得更深。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啊，看上去又乖巧又讨喜，尤其是那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样，充满灵气，跟傅爷站在一起还真是绝配。这还是傅爷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到家中。 不知他和傅爷到底是什么关系？这般想着，何妈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目光落在苏雾身上，嘴巴却是问傅宴慈：“傅爷，不知这位姑娘是？”傅宴慈看出何妈的心思，并未拆破。她修长的双腿交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优雅金贵。何妈，这位是苏小姐苏雾，她暂且在这住上一晚。说完，傅宴慈看向苏雾，介绍起何妈：“苏小姐，这是何妈，家里的老人。这栋别墅的大小事务都交由何妈负责，有需要的。” 尽管找他，何妈你好，麻烦你了。苏雾朝何妈微微颔首，何妈脸上堆积着慈祥的笑。哪里哪里，苏小姐客气了。当何妈听到苏雾要在别墅里住上一晚时，眼珠子几乎快要瞪出来。曾几何时，傅爷留宿过外人呢？能让苏小姐在这住，看来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啊。此时的何妈又是激动又是欣慰，激动傅宴慈终于开窍了，欣慰他找了个不错的女孩。就是这女孩，年纪看起来貌似有些小，该不会还是一个未成年吧？想到苏雾有可能是个未成年。 何妈的心突突起跳，顿时有了一种罪恶感。傅爷不会真的有恋童癖吧？何妈带苏小姐上楼找间房。傅宴慈的声音打断了何妈不该有的幻想。何妈立马敛住心神，连忙点头：“是的，傅爷。”何妈领着苏雾上了二楼，为了查探清楚苏雾到底成年没有，何妈忍不住开口询问：“苏小姐，冒昧问一下，你多大了？”苏雾并没有觉得何妈这么问有什么不妥，如实相告：“成年了，十八岁。”听到苏雾成年了，何妈瞬间松了口气：“还好，还好。” 已经成年了，只不过傅爷还是老牛吃嫩草了。毕竟他们二人相差八岁。第三十七章，苏小姐，你可是懂医术的。何妈给苏雾安排的房间就在傅宴慈主卧的隔壁。她的想法很简单，很纯粹，只是想撮合他们两人有更多相处接触的机会。苏雾把书包放下后，就跟着何妈下楼准备晚餐。刚走到楼梯口，便看见两个陌生的男人走到傅宴慈身旁，三人就在客厅里谈话，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被苏雾听得一清二楚。傅爷，过了十二点就是月圆之夜。 我们赶紧出发吧，这事不能再拖了。贺萧满脸着急和担忧的看向一脸淡定的傅宴慈。傅爷，您还在想什么？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就差登机了。萧云也在一旁附和。傅爷不紧张自己的命，他们紧张啊！等到十二点一过，傅爷随时都会面临着性命危险。可傅爷不听劝，他们能怎么办？难不成打晕他，将他扛回燕京？傅宴慈淡定的翻看着手上的一本俄文书，头也不抬的只回了四个字：顺其自然。他本想今晚回燕京，奈何苏雾突然说要过来家里住。 能怎么办？难得有这种同一屋檐下的机会，他怎舍得回去？即便是豁出命，好一个顺其自然，差点没把贺萧和萧云气死。扑通一声，他们当即跪了下来，只想祈求傅宴慈能乖乖回燕京接受治疗。傅爷，属下恳求您即刻动身回燕京。贺萧和萧云异口同声道，二人忠心耿耿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别墅。唉，何妈看着楼梯的情形，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听到何妈的叹气，苏雾眸底闪烁着不明的情绪。何妈，傅先生他怎么了？或许。 他能从何妈的嘴里知道傅宴慈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何妈眼眶通红，苏小姐有所不知，我们傅爷他病了，这病非常奇怪，每逢到了月圆之夜才会发作，而且每次发作完，他的身体就会一次比一次变得更差劲。到至今为止，傅爷已经发作了有七次，加上明天就是第八次了。我们找了许多知名的专家教授，他们都诊断不出病因，但他们倒是说过一句话：傅爷要是再这样下去，到了第十次就会命不久矣。也不知傅爷这次是怎么想的，无论怎么劝他求他。 他都不愿动身回燕京。说完，何妈偷偷看向苏雾，想看看他听到傅爷命不久矣时是什么神情。如果他介怀，那就代表他和傅爷有缘无分，不是良人；但如果苏雾是真心喜欢傅爷的，自会露出心疼、紧张的神情出来。何妈想了许多苏雾会露出的神情变化，却唯独没有想过他会淡定的不像话。苏雾的神情的确冷淡的令何妈有些出乎意料，他甚至连眉梢都没有挑一下。何妈一怔，一时看不出苏雾是不在乎傅彦慈的死活，所以才会表现得这么冷淡，还是他没听懂。 这个病的严重性也不怪何妈会多想，毕竟苏雾这淡定的反应跟他人比起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何妈轻咳两声，她委婉的问向苏雾：“苏小姐，是不是吓着你了？”苏雾掩盖眸底复杂的情绪，便说：“我们下去吧。”看到苏雾率先下楼的身影，何妈一脸的问号，说：“他不在乎傅爷吧？”他又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说：“他是在乎傅爷吧？”他又冷淡的让人怀疑人生。一时间，一向见多识广的何妈对苏雾的态度也拿不定主意，不知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苏雾走下楼梯的时候，贺潇和萧云猛地瞪大双眼，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我靠，傅爷竟然金屋藏娇！不对，这个娇怎么有点眼熟的样子？他们瞬间想起，走下楼梯，向着他们方向走来的女孩，正是傅爷让他们调查的苏雾。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莫非傅爷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燕京，就是因为他？想到这，贺潇和萧云脸色黑沉，看向苏雾的目光也充满了不善。心直口快的萧云一时忘记顾忌，当即问道：“傅爷。” 您难道是因为他才不肯去燕京治疗的？萧云的话刚说完，傅宴慈就冷飕飕的扫了他一记眼神。贺萧没想到萧云竟会如此大胆的对傅爷说话，生怕傅爷会怪罪下来，连忙呵斥他一声：“萧云，谁让你这么对傅爷说话的？还不赶紧道歉！”萧云立马闭上嘴巴，垂着头认错：“傅爷，对不起，我错了。”傅宴慈知道萧云也是在关心他的身子，才会口不择言，并没有想着要惩罚他什么，但还是不忘出言警告。 下不为例。理智的贺潇知道苏小姐对傅爷来说有一定的地位，倘若傅爷真的因为苏小姐才不回燕京的，那就好办。他看向苏雾，神色无比认真，甚至带着一丝丝的恳求。苏小姐，你好，我是贺潇，能不能拜托你跟着我们一起回燕京？当然，等傅爷的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会立即送你回来。傅彦慈幽深的目光落在苏雾身上，他们想的没错，他确实是因为他才不想着去燕京。但要是他跟着去，男人眉眼深深，他自然是欢喜的。他要是不愿去。 他不会勉强，会陪着他在别墅里度过今晚。等明日他再启程回燕京，应该也是无碍。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苏雾身上，等着他的回答。不想苏雾拒绝的很干脆利落，素生回应：“不能。”他一口回绝，让在场几人皆是一愣，想不明白苏雾为什么要拒绝。傅宴慈没有感到任何的失望，他依旧尊重他的想法。苏小姐，你傅先生是否能让我为你检查一下？傅宴慈话还没说完，便被苏雾打断。大家眸中闪过无比诧异，他会医术。 何妈惊喜地问出所有人的心声：“苏小姐，你可是懂医术的，略知一二。”苏雾颔首，谦卑地回答。听到苏雾居然懂医术，在场的人没有感到是不震惊的，但又考虑到他的年纪，估计也是刚进入门槛，略懂皮毛。以他这样的三脚猫医术，又怎能看得出傅爷的病情？更别提就不救了。苏小姐，我们傅爷的病你看不了的。”贺潇直言道。萧云语气不太友好：“苏小姐，你就不要浪费我们大家时间了。傅爷的身子经不起你的折腾。”第三十八章，你可愿意相信我？ 面对贺萧和萧云的质疑，苏雾并没有恼怒，反倒觉得傅燕慈有两个忠心耿耿的手下，当真是让人艳羡。他微微勾唇，不让我看诊，怎会知道你们傅爷的病？我看不了。贺萧<潇>、萧云，自信是好事，但自信过头就有点狂妄了。苏雾从容不迫，看向傅燕慈，认真问道：“傅先生，你是怎么想的？”他一向不喜欢为难他人。傅燕慈要是不想让他看，他自然是不会勉强的。傅燕慈用宠溺的眼神看着苏雾澄澈的双眸，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他愿意让他看。 他人不信任他，他信；他人怕他害他，他不怕。总之，苏不管做什么，他都会全力支持，毫无怨言。傅宴慈没有丝毫的犹豫，下一秒说出的话惊呆了贺潇他们：“来吧，苏小姐，傅爷，不可！”贺潇和萧云同时开口：“什么时候我的命都要由你们来做主了？”傅宴慈冷着声音问道，周身散发着一阵阵寒意，男人身上冷冽的气息让他们二人都不禁瑟缩了下。萧云还想固执的阻止，却被一旁的贺潇给拉住，摇了摇头。很快。 傅宴慈躺在一张榻上，苏雾开始给他把脉，而贺潇和萧云则是一脸严肃的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眼前的一幕。当看到苏雾给傅爷把脉时，他们内心还是感到了稍微的震惊，完全没想到苏雾懂的竟然是中医。中医博大精深，而且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其实真正博大精深的并不是中医本身，而是中医背后的那些东西。看着苏雾把脉的样子，倒有几分医者风范。给人看病的他，身上似乎散发着一股神圣庄严的气质，令人不禁肃然起敬。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在众人着急如焚之时，苏雾把了五分钟，就收回搭在傅宴词手腕上的手指，然后再检查了一下男人其他地方。完毕后，他眉头轻皱，似乎在思考什么。这次傅宴词的脉象跟他第一次给他把脉时的脉象有些出入，很明显，这一次他体内的脉象极其浮躁紊乱，仿佛随时都会爆裂开来。根据他的猜测，傅宴词距离发作时间也就只有七八个小时的钟头。苏雾皱眉的样子落入大家眼中，看着他这番模样，萧云嗤之以鼻，眉头都皱成那样了。 肯定是查不出原因呗。贺潇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只不过他跟萧云想到一块去了，都是不相信苏雾能检查出什么来。毕竟苏雾的年纪就摆在那，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小女孩，医术就算再厉害，还能比得上那些专家教授厉害吗？气氛一时有些安静，下一秒何妈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寂静。她紧张地询问苏小姐：“我们傅爷究竟怎样了？”苏雾神情凝重，眼眸漆黑，直勾勾地盯着傅宴慈，道：“我可以暂时压制住他体内的毒，不让他在月圆之夜发作。傅先生，你可愿意相信我？” 苏雾再次咨询傅宴词的意见。他虽然还未能查清楚傅宴词身上中的究竟是什么毒，但以他的医术，暂时压制住他体内的毒，不让发作，还是很简单的。这就要看病人愿不愿意尝试了。苏雾的话无疑是像平地一声雷，将大厅内的众人炸懵了，甚至有些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大家纷纷惊讶的睁大眼睛。何妈结结巴巴地问：“你你说我们傅爷是中毒了，而且你还能暂时压制住傅爷体内的毒？”苏雾点点头，丝毫看不出一丝开玩笑的迹象。没错。 我的诊断是，你们傅爷的确是中毒，具体是什么毒，还需要给我些时间去确定。众人面面相觑，一副见鬼的表情。不过他模样倒是认真，让人半信半疑。贺潇感觉自己真的是疯了，竟然想要去相信苏雾这个只有十八岁还是高中生的人。苏小姐，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压制不住傅爷身上的病情，就算你有九条命也不够赔。贺潇冷着脸，一脸怀疑。他也不是想要针对苏雾，而是这是从他嘴里说出，实在是太荒谬了。把个脉。 检查一下就能诊断出中毒，仅凭他就能压制住傅爷体内的病情，着实很难让人相信啊！苏小姐，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傅爷的命非常宝贵，经不起你一丝的折腾。我萧云恳求你不要再拿傅爷的命开玩笑了。萧云一字一顿，说的格外坚定。苏雾微扬嘴角，眼底的光芒有些凌厉。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等着傅宴慈的命死在你们手里吧。我信。就在苏雾准备转身走人的时候，一道沉稳低哑的嗓音从他身后传来，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温柔。 苏雾脚步一顿，回过头，目光落在那张熟悉又陌生的男人脸上，心中似乎有一道暖流划过，涌起某种异样的情绪，复杂又欢喜。复杂的是，似乎不管他想要做什么，傅宴词都在无条件的支持他、信任他。别人都在质疑他的时候，唯有他道出那一句句愿意相信。欢喜的是，他好像不再是孤独的一人，因为有人是支持他的。似乎和傅宴词这样的男人交个朋友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是被傅宴词知道苏雾只想和他交朋友的想法，估计会气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他想和他谈朋友，他却想和他交朋友。何妈和贺潇他们在听到傅宴词那句“我信”的时候，也愣了一瞬，看着傅爷坚定的神情。熟悉傅爷的他们知道，这事已经无法改变，因为只要是傅爷决定好的东西，谁也改变不了半分。贺潇眉眼沉沉，他尊重傅爷的决定，于是他悄然退出客厅，掏出手机给那些专家教授打去电话，让他们务必在天亮之前来盐城一趟，事关傅爷的性命安危，绝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何妈偷偷抹着泪，只能在心中祈求着苏雾真的有办法压制住傅爷体内的病情。因为专家说话，傅爷体内的病情一旦发作，要是不及时控制住，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萧云冷漠着一张脸，坐到一旁。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是苏雾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做到，那他会亲手杀了他。哪怕傅爷秋后找他算账，要杀他，他也无怨无悔。他的这条命早就是傅爷的，他不想傅爷因为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第三十九章，傅宴慈耳朵红了。大家都不知道苏雾会用什么方法来压制傅宴慈体内的病情，直至他掏出一套银针展现在众人面前后，他们才知道他是打算用针灸的方法来将其控制。众所周知，针灸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方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当今社会，懂针灸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能够将针灸技术学到精髓的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举世罕见。把衣服脱了，苏雾神情漠然的吩咐。傅宴慈闻言。 整个人微愣了一下，心跳莫名有些加快。真要脱、啊？苏雾蹙了下眉头，不脱我怎么给你施针？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在医生眼里，你的身子跟猪肉没什么两样。他之前怎么没发现傅宴慈居然还有这么墨迹的时候？傅宴慈被噎了一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把他跟猪肉放在一起做比较。幸好那人是苏雾，无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是换做其他人这样诋毁傅宴慈，估计早就挨揍了。快点，苏雾催促道。傅宴慈抿了抿唇。 只好一言伸手去解自己衬衫上的纽扣，他动作慢吞吞的。苏雾看不下去，便直接动手想要给他脱起衣服，像极了温存的小夫妇准备做那事一样。二人离得很近，近到傅宴慈能够清楚的闻到苏雾身上飘来的一股清香，钻入鼻息，不像是香水的味道，更像是沐浴露的味道，夹杂着他身上特有的气息，比香水好闻许多。瞬间勾得傅宴慈全身燥热难耐。我自己来。傅宴慈耳尖微红，低声阻止他，怕再这么继续下去，他会把持不住冲动，将他扑倒。 苏雾瞅了傅宴慈一眼，没理他。没人知道，这是他第一次给男人脱衣服。似乎嫌纽扣碍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一个用力，就将衬衫上的纽扣全部撕扯开，露出男人健硕性感的胸膛。看到这一幕，众人都傻眼了。好粗暴，好直接！看着大家投过来的视线，苏雾则是一脸无辜。太碍事了，反正傅先生衣服多，不差这一件。贺潇狠狠咽,咽了一口口水。我嘀咕奶奶，你知不知道傅爷的衣服都是专门定制的，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倒好，一言不合就撕烂了衣服。傅宴慈身形修长，线条流畅，上身的肌肉健硕诱人，不会像那些肌肉男那么夸张，处处都是恰当好处的比例，周身散发着阳刚的男性荷尔蒙气息，简直堪称完美。这样的他不仅让女人爱慕，更让男人嫉妒。苏雾那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傅宴慈完美的身材看，似乎忘了自己有正事要干。傅宴慈瞧着他这副花痴模样，唇角忍不住扬起一丝笑意，仿佛他也是有东西能入得了他的眼。傅宴慈轻咳一声。 故作淡定地提醒道：“苏小姐，你该下针了。”闻声，苏雾淡定地收回视线，忽略心底的那一抹跳动，直言不讳地说：“嗯，身材不错。活了两世，这是他目前为止见过身材最好的男人。看来傅宴辞平日里没少锻炼。被他当面夸赞，傅宴辞耳尖又开始泛红，却仍旧强壮镇定道：谢谢。与此同时，贺潇,潇、萧云和妈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二人之间的互动，心中的震惊久久不曾褪去。他们看到了什么？竟然看到傅爷不仅笑了，耳朵还变红了。” 这一幕让熟悉傅宴慈的他们都吓蒙圈了。无情冷血的傅爷也会有脸红的一幕出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难不成他们傅爷对苏雾动了真感情？早已从美色恢复理智的苏雾，无视其他人一脸吃了翔的表情，开始消毒给躺在榻上的男人施针。他握着银针的手指纤长而灵巧，在傅宴慈身上的每个穴位上游走，动作刚柔并济，下针手法精准老辣。即便是懂针灸的老手，也未必能有他这般娴熟的手法以及快准狠的速度。 原本就震惊不已的他们，再次目睹苏雾针灸的手法后，更是震撼的说不出话来。原本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苏雾的萧云，脸上的表情始终是不屑的，可此刻不屑的神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他抿了抿唇，朝贺潇说道：“没想到他还真的有两下子。”贺潇一脸凝重的点点头：“嗯，我们小看他了。希望他真的能有办法控制傅爷体内的病情。虽然大家知道这种希望很渺茫，但是他们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一根根细如牛毛的银针落在男人的身上。刚开始的时候，傅宴慈只觉周身剧痛，甚至连呼吸都有些困难。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那种疼痛在银针的刺激下渐渐有所缓解，直至被一阵暖流缓缓躺遍四肢百骸，浑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向了丹田，让他舒爽不已。傅宴慈不禁闭上了眼睛，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很快，他就在舒爽感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沉睡。不知苏雾究竟扎了多少针，更不知时间过了多久。苏雾收回最后一根银针后。 抬眼朝着贺潇他们道：“好了，这就好了。”萧云蹙着眉头，有些怀疑。何妈和贺潇连忙来到榻边检查傅宴慈的状况。傅爷怎么还不醒？贺潇脸上满是担忧。苏雾瞥他一眼，语调淡漠：“舒服过头，睡着了。你们别吵着他，让他睡会。”不可能，傅爷的警惕性一向很高，而且他的睡眠质量一向很差，怎么可能会沉睡成这样？是不是你对我们傅爷动了什么手脚？”萧云笃定的摇头，眼神犀利地落在苏雾身上。只要苏雾说出一个“是”字。 等待他的将会是万劫不复的下场。苏雾懒洋洋的翻了个白眼，你们要是不信，大可等半个小时，他自然会醒。萧云是猪脑子，他要是想对傅宴词做什么，也用不着耗费这么多精神力去给他施针。这时，别墅门外响起一阵异动，原来是从燕京过来的专家教授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了盐城。第四十章被一群大佬围着，贺潇和萧云听到外面的动静，得知是傅爷的救星来了，心中一喜，连忙打开门出去迎接一群专家教授，看着他们走远的身影。 苏武伸手按了按太阳穴，针灸不能出现一丁点的差错，要是下错一针，前面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更严重的还会致命。因此，他需要提高十二分精神来下针，从而导致太过集中精力，加上未食用晚餐，使得他的头有些晕眩和头痛。嗨，没有修为的身体果真是差劲的不行。何妈从傅宴慈那开视线后，便注意到苏武的脸色有些苍白，她立即担忧的上前：“苏小姐，是不是累着了？你歇着，我去给你熬点补汤过来。” 感受到何妈发自内心对他的关心，苏雾摇了摇头，不用何妈，我没什么事，等傅先生醒过来吃点东西就好。闻言，何妈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就退出此地走开了。何妈走后没多久，贺萧和萧云就领着一群专家教授大摇大摆地走到傅宴辞身边。耿会长，您赶紧过来看看傅爷。被唤作耿会长的老人家连忙来到傅宴辞的榻旁，开始替他把脉。耿会长，耿怀山是华国最具有权威的专家教授，在国内甚至是国外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他曾是华国医学研究所的所长，后担任华国医学会的会长。他现在属于半隐退的状态，极少出山。若不是富家和他相熟，也请不动这尊大佛。如今见耿怀山出现在这，贺萧他们的心也安定了不少。此时，耿怀山细细的把着脉，脸上的神情越来越严肃，额头上的皱纹都挤在一起了，看得出他很震惊。一旁的贺萧见状，试探性问：“耿会长，傅爷他……”不等他问完，就见耿怀山整个人激动的站起来，他双眸灼灼的盯着贺萧。 语气激动的问：“你们到底给傅宴慈这小子服用了什么？”贺萧见他反应如此激烈，心中不由咯噔了一声。难道是傅爷真的出事了？贺萧紧张开口：“耿会长，实不相瞒，就在不久前，苏小姐说傅爷是中毒症状，给我们傅爷进行了针灸。是不是傅爷他出了什么问题？”萧云看向苏雾，眼神闪过一阵阴狠。“苏小姐，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顺着萧云的视线，耿怀山的眼神落在苏雾身上。当看清楚苏雾竟是一个小女孩时，他心里的震惊无法掩饰。 但很快又平复下来。他走向苏雾，像个邻家老爷爷一样和蔼开口：“丫头，傅宴慈这小子中的是何毒？是你给他针灸的？”耿怀山周身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的气势，一看就是一个久居高位、很有权力的人物。苏雾看着他，点了点头：“耿会长您好，的确是我给傅先生针灸，但至于中的什么毒，尚未查清。”打算找苏雾算账的萧云看到耿会长对苏雾这般客气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耿怀山看向苏雾，目光带着一股深意。 在面对他的威严时，苏雾不仅没有感到一丝害怕，还能面不改色，一副淡定从容的模样与他交谈。这世界上能这般面不改色跟他说话的年轻人，就数他一人了。哦，对，还有傅宴慈那小子也算一个。耿怀山的眸底闪过几分欣赏，好奇地问：“苏小姐，不知你师叔何人？”苏雾抿了抿唇，不好意思：“耿会长，我师傅已经逝世了，不便透露任何信息。”说完，苏雾心底闪过一阵内疚，心中默念着：“对不起，师傅，我不是故意说你死的。” 教他一身中医本领的师傅远在凤云大陆，是个修为极高的医者。至于他的西医医术，则是系统奖励的金手指。与此同时，在凤云大陆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岛上，正在炼丹房炼丹的老头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阿、啊、嚏！T, 是谁在诅咒他？当耿怀山听到苏雾的师傅已经去世，并且不方便透露他师傅信息时，眼眸中闪过一阵惋惜。不好意思，丫头，我不知你师傅他没关系的。耿会长，不知者无罪。看着他们的对话，一旁的贺潇和萧云一脸问号。耿会长。 傅爷他到底怎么了？贺潇心中隐隐有了答案。或许他们错怪了苏武。耿怀山哈哈,哈哈大笑起来，无需担心，你们傅爷好得很。多亏苏丫头的一手精湛针灸，傅宴慈这小子的病情已被暂时压制住，而且身子比之前好太多了。明日的月圆之夜，他极有可能不会再发病。说着，耿怀山不禁对苏雾的师傅燃起了敬佩之意，更加佩服苏雾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精湛的本领，还真是后生可畏啊。反之，他们这群糟老头研究傅宴慈的病情好些年了，依旧毫无进展。 竟然比不上一个小丫头的一次针灸，当真失败。在场的人听到耿怀山的话后，一个个面露震惊，不可思议的看向苏雾。他竟然用针灸就控制住了傅宴慈身上难搞的病情，而且还诊断出傅宴慈是中毒了。虽然傅宴慈的病情被一个小姑娘压制住，非常惊人和让人难以置信，但耿会长说出的话不敢有人质疑他的医术究竟有多厉害。之前也不是没人尝试过用针灸，可毫无例外，全部都是以失败告终。一位针灸爱好者立马上前咨询苏雾：“苏小姐。” 请问你下针的穴位能否告知一下？众人纷纷好奇的看着他，期待他的回答。看着一个个好奇的小眼神，苏武嘴角微抽，随后笑了。莫名觉得他们还挺可爱的，一点大佬架子都没有。能给傅宴慈看病的，可见他们的医术都非常高，在他人眼中就是大佬的存在。可现在这群大佬竟围着他这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探讨医术，这画风着实有点奇怪。苏武也没打算藏着掖着，医学本身就是用来治病救人，需要互相学习和交流。 才能进步。想了想，他环顾四周一圈，道：“各位前辈，这里安装了监控，能将我刚才下针位置和手法拍得一清二楚。如果有需要，前辈们可以调取监控来观摩。”一群大佬听了，赞同地点点头，立即让贺潇他们去将监控录像拿过来。此时，贺潇和萧云看着苏雾的眼神多了几分复杂和内疚，他们真的错怪他了。第四十一章近水楼台先得月。贺潇和萧云心中暗自决定，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跟苏雾道歉。很快，监控视频取了过来。 一群大佬围着一台电脑，津津有味地观摩着视频里苏雾下真的手法。这些大佬虽然年纪都大了，可他们的眼睛依旧很毒辣，能够看出苏雾所下针的穴位和手法都十分精妙，不愧是能压制住傅宴慈体内的病情。这种下针的穴位，他们还是第一次瞧见，真的让他们长见识了。真是年轻有为啊！就这下针的速度，我就算是活了几辈子都赶不上，可不是吗？苏小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后生可畏。我估摸着，咱们的医学界要出一个新秀了。 一众大佬你一言我一语的夸着苏雾，谢谢诸位前辈的谬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前辈们学习。苏雾不卑不亢的说着，为人谦虚。苏雾谦逊的态度赢得了大伙儿的好感，尤其是耿怀山，像是看一块宝玉似的盯着苏雾，越看越喜欢。耿怀山笑呵呵的说道：“苏丫头，加个联系方式，晚些时候我把有关傅宴慈这小子的病历发给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他有种直觉，傅宴慈这小子的病或许能让苏雾这丫头给治好。苏雾的针灸技术不错，想来。” 看病的水平肯定不低。苏雾闻言微微挑眉，笑意盈盈。耿会长，那就麻烦您了。时间一过，刚好到了半个小时。躺在榻上的男人睁开双眸，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榻边的苏雾。原本幽深的黑眸里顿时染上了亮光。苏小姐，谢谢你。他的声音沙哑。醒来的第一件事，不忘跟苏雾致谢。举手之劳，傅先生不用客气。见傅宴慈醒来，苏雾心情很是愉悦，嘴角的笑意更甚。他终于可以吃饭了。苏雾绝美的笑落在傅宴慈眼中，心底一荡。 目光一时间有些移不开。这次的针灸让他发现了，他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跟以往的比大有不同。每次发病前夕，他除了痛，还会伴随着一种浑身无力的感觉，而且还特别容易疲倦。可这一次被苏雾针灸完后，他不仅有使不完的劲，身体的痛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神清气爽的气息，充满了力量。是苏雾救了他，没想到他又给他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想到苏雾拥有这么高超的医术，傅彦慈不禁回想起和他初次见面时，他身受重伤的，在一个山洞里醒来。醒来时发现他身上的伤口和中弹的地方都被处理过，一看手法就知道是个医术不错的人。难道当时帮他处理伤口的那个人就是苏雾？想到极有可能是他，傅彦慈心脏狠狠一跳，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他此刻激动的心情。傅爷，您终于醒了！傅爷，您感觉怎样了？贺潇和萧云见傅彦慈醒了过来，立即跑到他身边。 担忧的开口，看着他们二人，傅宴辞眼底划过一抹暖色，心情颇好，不用担心，已经没事了。听到傅宴辞这句话，贺潇和萧云心底松了口气。傅宴辞见诸位专家教授也在场，和他们闲聊了一会，便让贺潇安排好酒店，送这些专家教授去休息。虽然眼下傅宴辞的病情暂时看起来并无什么大碍，但为了以防万一，这些专家教授还是决定先逗留在盐城，等月圆之夜一过，确定傅宴辞真的没事，才起身各回各处。专家教授们依依不舍的和苏雾告别。 扬言让他有空就来华国医学会找他们切磋医术，苏雾笑着应下了。很快，在场就只剩傅宴慈和苏雾在场。相比方才的热闹，此刻显得格外寂静。下一秒，有话想对苏雾说的傅宴慈朝他招了招手：“苏小姐，你坐过来，我有话问你。”夜风吹拂着窗帘，掀起层层波纹。月上中天，柔和的月辉落在窗台，屋内里灯光明亮，温凉如水的女声从窗台上飘出：“怎么了？”苏雾坐到傅宴慈的榻上，疑惑开口，他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的问道：“上一次我身受重伤，可是你帮我处理伤口。”苏雾微微一愣，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问。“嗯，是有什么问题吗？”他应了一声，算是承认了。听到他亲口承认，傅宴慈的心脏也因为他这句话而猛烈撞击着胸膛。他低笑出声：“没什么，上次你替我疗伤，在家这次你控制了我体内的病症，我总共欠了你两次人情。不知苏小姐想要什么，我定尽力满足你。”苏雾眨巴眨巴眼睛：“这样呀，第一次要不是你替我挡下子弹。” 受伤的人肯定就是我，所以我救你也是应该的。后来你还带我去赌石，让我赚了一大笔。按理来说都是我占了便宜，不过我倒是有一事需要傅先生帮个忙。苏雾望着傅宴辞，眼底更深处闪过一抹狡黠的光芒。苏小姐，请讲，我一定会答应你。听到苏雾有事找他帮忙，傅宴辞眼底划过一抹期待。不管是什么忙，只要是他想要的，他都会满足他。即便是天上的星星，他也愿意摘下来送给他。苏雾怔了一下，没想到傅宴辞答应的这般爽快，看来。 傅先生打心眼里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苏雾没想那么多，他勾唇一笑，不知傅先生能不能让我长期住在你家，可好？他没有忘记系统发布的第六个任务，想尽办法住进傅宴辞的家，就能解锁上古空间。上古空间就像一个行走的宝库，里面不仅灵气充足，还有无穷无尽的宝物，每一件都能价值连城，稀世珍宝。听到苏雾的话后，傅宴辞有史以来这般失态。他想过许多苏雾让他帮的忙，唯独没想过会是这事。他竟然说要长期住在他家。 这让他如何不激动？他本就对他充满好感，虽还未表明心意，但有句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二人往后要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不信凭自己的魅力还征服不了苏雾这颗感情迟钝的小脑袋瓜。温水煮青蛙，他不仅喜欢他，还要让他喜欢他。第四十二章，他在他眼中竟然是可爱。过了好半晌，也不见傅宴词回话，苏雾顿时就有些慌了，生怕傅宴词不同意，那他的任务岂不是就要失败？苏雾绯红的唇紧抿着，想着傅宴词要是不同意，那他该怎么办？ 难道用美色勾引？不过美色勾引总归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招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说屡试不爽，都没有抵抗力。可惜苏雾低估了傅宴慈这个非同一般的男人。换做其他女人用美色勾引他，下场只有一个字：惨。但要是换做苏雾来勾引他，他毫无抵抗力可言，轻而易举的就溃败成军。此时男人见苏雾的脸色变幻莫测，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着，不知他在盘算什么。一阵闷笑声传来。 傅宴慈挑眉看向苏雾，眼底有化不开的宠溺。苏雾像几眼瞎似的看不到。苏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管你住多久，这里永远都欢迎你。听到傅宴慈这话，苏雾悬挂在半空的心才放下，嘴角不由自主的勾起一抹笑容。他点头：“傅先生，有你这个朋友是我的荣幸。你放心，我不会白住的。你的病我会帮你治好。当然，要是你日后有了女朋友，我会非常自觉的搬走，不会死皮赖脸的缠在你家住着。”男人原本带笑的嘴角，在听到苏雾的这段话后，瞬间凝固。 眼神透着深沉，他想当他男人，他却只把他当成朋友。谁愿意当他朋友？傅宴慈眼底划过一丝黯淡，随即掩饰掉。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捏了捏眉心，沉默半晌，才开口：“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不过还没向他表白心意。”得知傅宴慈有喜欢的人，不知为何，他感觉心里怪怪的，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在心里流淌着，像是一团乱麻，让人捉摸不透。苏雾垂下眸子，掩盖住眼底复杂的神情，再抬眸与他直视：“那就祝贺你。” 早日抱得美人归。傅宴慈，他语气带着幽怨。我从没追过女孩，不知苏小姐能否教教我。苏雾一愣，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这简单，等下吃完饭，我慢慢教你怎么追一个女孩子。”这时，何妈走了过来，说：“傅爷，苏小姐，我给你们熬了补汤，请一步到餐厅用餐。”话落，何妈看向苏雾，语气依旧担忧：“苏小姐，你现在感觉怎样了？刚给傅爷针灸完时，苏小姐的脸色苍白了一个度，眼下见她脸色似乎有了些许血色。” 苏雾没想到何妈这般关心他，心中划过一抹温热。谢谢你，何妈。喝了杯水，已经好很多了。那就好，那就好。听着他们二人的对话，傅宴辞一瞬不瞬地盯着苏雾，猛然想起他还没服用晚饭就开始给他针灸。虽然针灸过程中他睡了过去，但仍会知道针灸一场会用不少精神力，费心又费神。尤其像他这种极其难搞的病情，耗费的精力只会更多不会少。想到这，傅宴辞内心闪过一抹心疼。他二话不说就将苏雾横抱起来。 快步向餐厅走去。何妈见到这一幕，惊讶地捂住了嘴巴。Oh my god！老夫的少女心，这是什么霸道总裁的偶像剧情节？别看何妈一把年纪了，闲时她超级爱看霸总小说和偶像剧的电视剧，尤其是近日播出的《以爱为营》，更是让她爱得死去活来，迷醉其中，几乎天天看上瘾了。现实版的霸总和女主终于出现在她眼前，她激动得差点尖叫出声。就傅爷和苏小姐这百年难得一见的颜值，不比娱乐圈里的俊男美女强？傅宴慈突如其来的公主抱。 把苏雾吓了一跳，他凝望着有些失了理智的男人，超级无语的开口：“傅先生，请放我下来，别乱动。”傅宴慈皱眉瞪了他一眼，霸道的拒绝。他脚步没停，反而抱得更加用力的往餐厅走去。苏怎么回事？傅宴慈怎么突然抱他了？他还没弄清楚状况，就被傅宴慈抱到了餐厅坐下。快吃！原本有些郁闷的苏雾，在看到一桌子的美味后，瞬间被吸引，立马将不开心抛之脑后。他不断的吃，傅宴慈就不断的给他夹菜。很快，碗里的饭菜。 堆成山似的，生怕苏雾饿着。见状，苏雾不免有些哭笑不得。傅宴慈真是把他当猪养啊！够了，够了，吃不了了。苏雾伸出双手挡住他夹过来的饭菜，看着苏雾碗里堆成山的食物，傅宴慈这才放下筷子，抬头看向对面的人：“你还想吃什么？尽管告诉我。”苏雾摇头：“傅先生，你到底怎么了？对他又是抱又是夹菜，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搭错了哪根筋。”傅宴慈的目光微敛，声音染上了几分愧疚：“对不起，是我害你饿着肚子。” 耗费了不少精神力，苏雾整个人愣了一下，完全没想到傅宴慈突然这般对他好，是出于内疚。他只觉好笑，没想到他是因为这个，真是一个可爱的男人。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形容凉薄无情的傅宴慈可爱。要是被他的人知道有人形容傅宴慈可爱，肯定会跌破眼镜吧？在众人眼里，傅宴慈就是一个叱咤商界、横纵黑白、运筹帷幄、不可一世的冷酷帝王，与可爱这个词压根就不搭边。如果傅宴慈与可爱搭边，众人定会认为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苏雾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傅宴慈看着他眉眼弯弯的样子，心里也跟着软了。你笑什么？苏雾收起脸上的笑容，正襟危坐，没什么，就是觉得傅先生太可爱了。何妈瞪大眼睛，刚好迎面走来的贺潇和萧云，以及整个人都不好的傅宴慈，他这是实话。他在他眼中竟然是可爱。傅宴慈嘴角抽了抽，想他堂堂一个大男人，居然被一个女孩子觉得可爱，这让他颜面何在？尤其是在下属面前，噗呲。 一阵不大不小的笑声刚好落进傅宴慈耳中，傅宴慈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冷眼射了过去，萧云菊花立马一紧，不好，他要完蛋了。贺萧，非洲那边现在缺个什么工作岗位？贺萧极力忍着笑，一本正经的说：“回傅爷，缺个厕所所长。”第四十三章，苏雾陷入舆论风波。一夜无事，由于针灸耗费了不少精力，苏雾这一夜睡得极其安稳。不过，拥有生物钟的他仍旧是一大早起床就出门锻炼。刚打开房门，隔壁房门也在同一时间被打开。 就见穿着一身白色运动装的傅宴慈出现在他面前。他穿正装的时候金贵优雅，而现在他穿着运动服，阳光帅气的同时又多了几分如沐春风。果然，长得好看、身形比例完美的男人就是天生的衣架子，不管穿什么衣服都能用一句“风华绝代”来形容也不为过。早，傅先生，苏武率先打起了招呼。他今日的心情超级好，只因昨晚完成了系统发布的第六个任务。长期住在傅宴慈的家，系统就立马给他解锁了上古空间。只要他用意念。 就能随时出入上古空间。傅宴慈打量了同样一身白色运动装的苏雾，青春灵动。没想到他们还挺有默契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早就商量好穿情侣装呢。男人的笑意蔓延到了眼尾，声音清润：“早，雾儿。”雾儿这个称呼从傅宴慈嘴里说出来的那一刻，苏雾像是听到了什么令人震惊的话，一脸疑惑地看向对面的男人。他刚才叫自己什么？雾儿也不是没人喊过他雾，可从来没有人会像傅宴慈那样喊的那般好听，让他整颗心都忍不住跟着一跳。 瞧着苏雾一脸疑惑、莫名有些可人的模样，傅宴慈握拳抵在唇边轻咳了两声，继续说：“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你有见过哪个朋友之间是用先生、小姐来称呼对方的？”似乎觉得傅宴慈说的很好道理，苏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日后便唤你傅宴慈吧，连名带姓的称呼他。傅宴慈只觉扎心极了，就不能喊的亲切一点？雾儿，我不喜欢连名带姓的被人喊。傅宴慈拐着弯提醒着，希望他能改口。苏雾一双明亮的凤眸扑闪扑闪的。 像极了电视上说的卡姿兰大眼睛。他想了想，似乎懂了，似乎又不懂的说：“是的，傅爷傅宴慈越来越离谱，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绝无仅有的扎心。”傅宴慈深吸了几口气，才强忍住自己暴走的冲动，一脸认真：“叫我晏慈或者阿慈也可以，总之不许跟别人一样喊我傅爷。”嗯，苏雾看着傅宴慈，为什么别人可以喊我就不可以？这话一问出口，傅宴慈竟无言以对。有的时候。 他真想敲开苏雾的脑子，看看他的感情线是不是在投胎的时候被狗鬼啃掉了，不然怎会这么迟钝？傅宴慈不想回答，直接转身下楼。走吧，一起去锻炼。苏雾一脸困惑地看着男人高挑健硕的背影，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不过锻炼比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重要。苏雾不再纠结，就跟着傅宴慈去锻炼了。二人跑了五公里，就结束了今日的晨跑。等苏雾收拾完，用过早餐后，就坐着傅宴慈的专车前往格兰特林。 昨日他已经打电话通知了父母不回家睡觉，说明缘由后，父母也是十分的通情达理，并嘱咐他照顾好自己。今日放学，他需回家一趟，告知父母他要搬出去住的事情。和傅宴慈告别后，苏雾走在了去往教学楼的路上，当即收到来自四面八方投过来怪异的眼神，才发现今日大家看他的眼神变化颇多，有嫌弃，有嘲讽，有嫉妒，有可怜。苏雾皱了皱眉，也懒得去想他们那些怪异的目光中究竟包含了什么含义，对他们的态度并未放在心上。 不过，从大家的眼神中不难看出，肯定又有人不知死活的在找他麻烦了。苏雾叹气一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真是没完没了。忽略大家的视线，苏雾面不改色，单肩背包来到高三十班，走路气场一米八，不八米一。原本议论纷纷的十班同学，在见到苏雾出现后，即刻蜂拥而上。误解，误解，今日论坛的帖子你看了吗？江玉峰小心翼翼的打量着苏雾的神情变化，生怕苏雾因为流言蜚语而感到伤心难过，并安慰道。 误解，你放心，我是相信你的，你不要被外界影响，一切都有我呢。对啊对啊，误解、啊，我也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信。我要在评论区大杀四方，维护我方误解的名誉。自从苏雾改变了十班的学习状态，并且教导了他们很多东西后，大家对他的认知都改观了不少，纷纷被他的美貌和聪慧深深折服。现在，苏雾在十班已经轻而易举的俘虏了所有人的心。如今见苏雾陷入了舆论漩涡当中，一个个都急得团团转，自然而然的站出来替他说话。 希望他能平安度过这次危机。与此同时，大家都在控诉论坛上的帖子，替苏雾抱打不平。唯有江以宁已经在论坛上杀出了一条血路。但凡被他看到有诋毁苏雾的评论，都会被毒舌的他对得狗血淋头，骂得哑口无言。石班苏雾长得倒是好看，没想到身体这么肮脏，也不知道伺候过多少男人，有没有得那种病？江以宁看到这条评论，一张娃娃脸气鼓鼓的，咬牙切齿的用手指大力的戳着键盘回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觉得。” 你的窗户该擦擦了，毕竟你的眼睛不好使。你是瞎子吗？这照片一看就知道是借位拍摄。谁人不知道苏雾家里穷的响叮当，做这行来钱快。他长得又有几分姿色，不去卖肉岂不是浪费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江以宁见状不甘示弱，直接用一句话反击：没文化可以学，长得丑可以整，心眼坏可没办法治。我也觉得你挺合适卖身。哟 <You, S 1>、呃，好恶心！他竟然跟一个已婚男人姿势这么亲密，而且他还是一个高中生，还有没有羞耻之心啊？怎么下得去手？ 江以宁，敦煌来的吗？壁画真多，世界无奇不有。牛马试图嘲讽人类，苏雾出了这档子事，学校肯定会让他退学的，活该！与他这种鸡当过同校同学，是我毕生的耻辱。江以宁，你很会下厨吧？看你挺会添油加醋的，少吃点盐，看你闲的。论坛有关苏雾的帖子争执不断，热度不低。苏雾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用眼睛淡淡的扫了关心他的同学们一眼，而后眼神落在江玉峰身上。手机拿来。闻言。 江玉峰连忙把手机递到苏雾面前。第四十四章早操科目三。苏雾从江玉峰手上接过手机，他倒要看看这次又是谁想陷害他什么。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一眼就看到论坛上醒目的标题：震惊！某班的穷鬼竟攀上有妇之夫的中年男人，姿势亲密无比，怀疑是做那个行业的。下面还附带了一张高清图。苏雾清冷的凤眸盯着这张图片看，图片中的女主毫无疑问就是她。虽然看不到样貌，但从身段和头发来看，就知道是她本尊了。 至于图片上的中年男人，则是傅宴慈的司机程叔。当时程叔在校门口等他出现，说傅宴慈想要见他。没想到，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聊天，会被好心人以刁钻的角度拍下他和程叔的谈话。拍摄者故意将照片拍得极其暧昧，不想让人误会都难。帖子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有许多恶评，全都是骂他肮脏、恶心、得病、勾引狐媚子之类的话语。呃，与伤人六月寒，良言一句三冬暖。有的时候，语言比刀更伤人。 喜欢网络暴力的人，统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闲，管得宽。他们在键盘上敲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能让人诛心。他们喜欢躲在屏幕背后，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使者。他们是人命如草芥，他们喜欢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这就是所谓的“人云亦云”，看热闹不嫌事大吧？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理直气壮的指责别人的错误。有句话说得好：“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苏雾淡定的看完后，直接把手机扔回给江玉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公平可言。 他也不需要任何的公平。常人要是陷入这种舆论风波的伤害，肯定早已承受不住，甚至动了轻生的念想。但苏雾并不是常人，他可是苏雾，灵魂来自风云大陆，差点就修仙成功的人，又岂会是那些普通凡人所能相提并论的？更不会因为区区几条谣言就被击垮。不过，刚刚在看评论的时候，评论里倒是有一个人无条件的支持他，一直在对这些恶意的评论。这人是谁？苏雾心里想着，目光突然移向旁边，就看到江以宁抱着手机，全神贯注地在打字。 脸上始终是气鼓鼓的模样，嘴里不知在嘟囔些什么。当看清他打字的内容后，苏雾竟微微一愣。感情在评论区大杀四方、帮他出气的那个对人狂魔，就是江以宁。得知是江以宁后，苏雾一时间不知如何形容此刻内心复杂的思绪。貌似江以宁还挺好的。从此，苏雾的人生中又多出了一个朋友，他叫江以宁。江玉峰伸手接过苏雾抛来的手机，看他脸色平静，心里有一丝欣慰，但还是担忧道：“误解，你没事吧？”苏雾掀了掀眼皮。 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见苏雾还能打趣他，江玉峰悬在半空中的心才稍稍放下些许。他就说，误解是打不死的小强，似乎这世间没有任何事能够击倒他。误解，这事到底是怎样的？你赶紧发个帖子向大家解释清楚，免得继续被人诬陷。十班班长徐子文开口，苏雾淡眸微抬，解释什么？下一秒，嘴角噙着一抹玩味，谣言自有攻破的一天。落下这话，苏雾便看书去了，徒留众人面面相觑，一脸不解。为了不影响苏雾看书。 江玉峰催促大家：“好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好好学习，迎接接下来的月考，不给咱十班丢脸。”格兰特林一三五早上几乎都要做操。很快，广播里传来《运动员进行曲》，提醒着学生们要到操场上集合。苏雾合上书本，准备起身时，却见同桌江以宁仍旧卖力的在网络上大战四方。见到这一幕，苏雾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这是获得了一个可爱的小迷妹朋友啊！以宁走了，苏雾提醒着。啊！听到苏雾的声音，江以宁抬起一脸懵逼的脑袋。 那呆萌可爱的模样让苏雾恨不得想要下手揉他两把。苏雾无奈道：“我们该去操场集合了。”江以宁这才从网络上找回现实，听着耳边响起的进行曲，他顿时变红了双颊。我、哦、我这就走。没多久，操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一群师生。校长讲了一会儿话，接下来就是做操环节，由校草顾言之和校花颜可卿站在讲台上带领大家做操。新的早操跳的是改良版的科目三，音乐一响，全体师生的 DNA 躁动了，有人跳得极好。 比海洋捞的小明跳的还要好看，而有的人觉得这个操很没意思，不愿意去跳，以至于跳得非常糟糕，简直惨不忍睹。如果硬要说在场的谁跳的最好，就属讲台上的顾延之和严可清二人了。二人跳起科目三，动作整齐划一，配合默契，看得人赏心悦目。不愧是格兰特林的校草和校花，一个帅到爆炸，一个漂亮的人神共愤，时而也会引来一些花痴花草们的尖叫。不少人在操场上悄悄窃窃私语：“啊，男神跳的好好。” 好想让他在我面前跳脱衣舞的科目三，顾校草好会跳啊，跳到了我的心坎上。我的女神跳的也不错，不愧是街舞社的副社长。颜校花那身段，跳起舞来无时无刻不在勾引我，哭了。可惜颜校花是属于顾校草的，好想颜校花做我女朋友，教我跳科目三啊。顾校草好帅哦，好像漫画里走出来的王子，真是让人无法抗拒。真想做顾校草的女朋友，你们别白日做梦了。顾校草和颜校花都不是你们能够肖想的对象。操场上。 一阵阵窃窃私语中，都在夸顾言之和颜可清。然而下一秒，夸顾言之和颜可清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些夸苏雾的声音所取代。我去！你们快看苏雾，他竟然跳得这般的好！我没眼花吧？竟然还有人将科目三跳得比校草、校花还要好！我的天啊，他的腰肢纤细柔韧，跳的动作刚柔并济，简直堪称完美。是跳得这么好，肯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只为吸引顾校草的注意力呗。第四十五章将苏雾逐出格兰特林，这是苏雾重生后第一次跳早操科目三。 他本身就有舞蹈功底，跳得好也是很正常，给人一种他似乎就是专业舞蹈演员的感觉，气场强大，四周便是他的舞台。他专心地跳着舞，并不知他跳科目三的一幕早就被一群学生们拿去讨论，说他跳这么好就是想勾引顾校草，让人嫉妒的同时又充满讽刺。一曲完毕，早操结束，曹校长又继续上台讲话。本以为又是一场长篇大论的致辞，不想竟是一场检讨会。讲台上。 曹校长看着台下诸位师生，声音肃冷的从话筒里传进每一位师生耳中。老师们、同学们，近日我们格兰特林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尤其是今天早上的论坛事件，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因为某个同学的不自爱，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说到这，曹校长顿了顿，眼神充满嫌弃，眼底更深处却是得意。虽然曹校长没有点名道姓是谁，但全体师生都知道，那人就是苏雾。他继续对着麦克风开口：“现在。” 我要给高三十班的苏雾进行严重处分，通报批评，并永远逐出格兰特林。曹校长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阵阵喧哗，甚至还夹杂着不少嘲讽之语。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苏雾活该。只有十班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整颗心都揪在了一起，抗议！抗议！抗议！突然，黑压压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呐喊，十班全体同学都在给苏雾抗议，表示对校长这个决定非常不满。讲台上，曹校长看到十班的人这么支持苏雾，脸色瞬间阴沉了几分。 全校师生也都震惊了。什么时候苏雾竟赢得了十班所有人的心？闭嘴，都给我安静！讲台上，曹校长冷冰冰地喊道。可他的话却被十班的人视若无睹，继续激昂地替苏雾抱打不平。凭什么让误解退出学校？他没有做错事，误解是被人诬陷的，无凭无据。曹校长怎么可以随便处分人？我们不服，请拿出证据来。一切看证据说话，没有证据就凭一张照片就断定误解人品不端。曹校长，你不觉得自己太武断了吗？台下。 十班的同学纷纷表态，他们站在苏雾身边，支持他，绝不容忍任何人污蔑苏雾，他们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苏雾。听着台下十班众人义愤填膺的叫嚣着，一个个都不把他这个校长放在眼里。他当即怒了：“放肆！我说处理谁，你们有资格质疑？你们十班真是无法无天了！难道你们都想跟苏雾那样被退学？”曹校长威胁着十班，似乎起了奏效。十班所有人顿时噤声，唯有不服气的眼睛愤恨地盯着讲台上的曹校长，心里恨不能冲上去撕碎他。 曹校长见到十班的学生，终于被他唬住了，满意的点头，继续对台下吼道：“在场的所有班级，千万不要向十班学习，他们目中无人，不敬尊长，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行为。现在我宣布，高三十班全体学生进行通报批评，打扫整个学校的卫生环境，以儆效尤。”曹校长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一阵唏嘘声。眼下快要到月考，既是学习紧张之际，大家都没想到曹校长的惩罚会这么狠。众所周知，格兰特林占地面积超级大。 让十班打扫整个学校的环境，无疑会浪费不少时间，耽误学习进度啊！十班的同学听完后，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心中万分不服。不过他们并不后悔替苏雾说话，他们只是不服格兰特林的曹校长以权谋私、自私自利，不配当一名校长，不分青红皂白，只凭一张照片就断定苏雾不是一个自爱的人，这是对苏雾赤裸裸的侮辱和伤害。这种校长更不配教书育人。台下的人心情各异，唯独曹校长一脸的得逞。他早就说过，苏雾不为他所用。 不将他的话放在眼里，就应该承受相应的代价。苏雾，就问你后不后悔？哼，曹校长，你觉得你这样对待我的学生公平吗？沈清英冷着脸来到讲台下，目光直逼曹校长。曹校长闻言，转眸看向他，笑道：“沈老师，你这话是何意？他们不遵守校规，我只是做了一个校长该有的本分，去惩罚犯错误的学生。本校长何错之有？”看着曹校长一脸冠冕堂皇的样子，沈清英直犯恶心。表面上，曹校长衣冠楚楚，一副为人师表的模样。 可被地里却龌龊得很，他根本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连畜生都不如。还记得他第一天入职的时候，就遭到了曹校长的骚扰，他极力反抗，不让他得逞，甚至还忍不住动手了。可没想到，最后却被曹校长反咬一口，说他以下犯上，殴打领导，就被派去十班教书。他当时真是气坏了，可奈何自己实力太弱，根本斗不过他。沈青英看着他，目光露出一抹讥笑：何错之有？不分青红皂白，仅凭一张照片就断定苏雾人品有问题，难道这就没错？ 警察查案都要讲究证据，凭什么到了曹校长这儿就不讲究证据了？他一字一句的质疑，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有证据。这时，人群中走出两名身影，顾言之和严可清，恍若神仙眷侣般从容的走上讲台。看着这两人，曹校长问道：“顾同学，严同学，你们可有什么证据？”顾言之眼底闪过一丝寒芒。证据一，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苏雾当初推严可清同学下楼梯的事？此事就已证明他心思异常歹毒。证据二。 昨天，严可清同学好心和苏雾说话，他却推了严可清一把，害严可清同学的手受到了伤害。这可是一双弹钢琴的手，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能耽搁得起吗？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苏雾人品极其有问题。说这话的同时，顾言之将严可清受伤的手展现到大家面前看。他的一席话说得振振有词，都直指关键。还有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都足以证明苏雾人品极差，是个不折不扣的心胸狭窄、心机深重、不择手段之人。顾言之又补充道，所以。 我赞同曹校长的话，将苏雾逐出格兰特林。第四十六章，拿出证据证明清白。严可清在一旁默默的听着顾言之的话，他垂下眼眸，眼底深处尽是得逞之色。果然，顾言之还是很在乎他的，为了他不惜在全校师生面前与苏雾作对，说出最伤人的话。可见，顾言之心中一点都不喜欢，甚至是厌恶苏雾的。想到这，严可清的嘴角不由微微上扬。但凡敢与他抢顾言之，挡他严家上位之路的人，都不得好死。苏雾这次必死无疑。 名声扫地。只要苏雾不在格兰特林出现，那么他不仅会少一个情敌，还会少一个与他争抢校花之位的人。自从苏雾容貌大变后，不少人拿他们两人的容貌做比较，说谁更漂亮，谁更优秀。幸好支持他的人比支持苏雾的人多很多，所以为了以防万一，稳固校花之位，他一定要让苏雾名声扫地，不能让他有一丝机会将校花位置抢走。格兰特林的校花只能是他，颜可清。顾言之将心中对苏雾的不满全都说了出来后，不知为何。 心中没有感到一丝丝的痛快，反而觉得堵闷，涌上来一股烦躁之意，这让他觉得很奇怪。按道理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他期盼的，可为何他心里却不高兴呢？顾言之皱眉，陷入沉思。他尽可能的忽略掉心中的那抹不适，强行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企图说服自己。随即转头看向颜可清，看着颜可清娇美的容颜，柔声道：“可清，你有没有想说的？”顾言之把麦克风递给了身旁的女孩。颜可清颔首，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拿过麦克风。 柔弱的声音旋即从话筒里流露出来。其实，我想苏雾他不是故意的。虽然他推了我两次，可我知道他只是因为嫉妒我罢了，嫉妒顾言之和我走得近，所以才会想出这种方式来针对我。希望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责怪他。严可清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温婉，善解人意，落落大方，赢得台下掌声四起。校花的格局真大，差点被人推下楼梯害死，也能笑着去原谅。谁要是推我下楼梯，或者将我推倒在地受了伤，我定不会放过他。不得不说。 校花的这种格局不是谁人都有的，可不是吗？要不然顾校草怎么会选严校花呢？肯定是严校花长得好看就算了，还这么大度、善良，是瞎子都会选择她，真是让我钦佩啊！校花的心胸确实宽广，这么一对比，苏雾真是太小气、太阴险、太狡诈了。我咋觉得事情有些奇怪？当初谁见到苏雾推严可卿下楼梯了？怎么没人拿出证据出来呢？万一严可卿污蔑苏雾呢？苏雾岂不是很冤？说这话的人很快就被严可卿的狂热粉给淹没了。 后面便不了了之。此时曹校长没料到事态居然演化成这个样子，他确实拿不出证据。原本以为只需要几句话就能将苏雾赶出格兰特林，却不曾想石班和沈清英都在替他说话，硬要拿出证明苏雾人品不行的证据。万幸的是，在这个关头，顾延之和严可清站出来指证苏雾人品真的有问题。这一下证据确凿，就看他们还想怎么抵赖。大家安静一下，且不拿论坛照片说事，就单凭顾延之同学和严可清同学口中的证据。 苏武同学的人品确实有待考量。曹校长刚开了个头，就被一道清冷好听的声音打断他的话。不知我手上的这些东西是否能证明我的清白？苏雾一边说话，一边往讲台上走去，周身气场凛冽逼人，宛如女王般威严，让人群纷纷退避三舍。他一步一步踩着平底白鞋朝台上走去，他每走一步，众人心脏都忍不住一跳。刚刚大家都在谴责他时，他已经拿着手机查找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很快。 这些证据就会被他公布于众。原主不喜欢解释，那他就替原主解释清楚，还原主清白公道，还他本人一个清净。苏雾内心哀叹，原主留下的烂摊子可把他累死了。苏雾缓缓地来到台上，看着脸色阴沉的曹校长，神色复杂的顾言之，以及面露嫉妒的严可清，笑盈盈地开口：“别急，心急可是吃不了热豆腐。苏雾，你已经不是格兰特林的学生，请你立刻离开这儿，否则别怪我请来保安对你不客气。”曹校长冷哼一声，语气带着不悦。苏雾淡淡瞅了他一眼。 冷笑，怎么害怕？我真的会拿出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狠狠打你的脸吗？你曹校长被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苏雾，你凭什么这样跟曹校长讲话？还不赶紧向校长道歉？苏雾勾唇轻笑，笑意却未达眼底。我道哪门子歉？你又算哪根葱？顾言之的脸色有些难看，语气不善，眼神满是厌恶。果真是人品有问题。真希望顾家从未认识过你。如果不是苏雾的爸爸对他父亲有救命之恩，苏雾压根就上不了格兰特林，更不会有机会认识他。 以后我苏家和顾家再无任何瓜葛。苏雾声音突然拔高，眼睛直视着顾言之，眼底没有半点温度。话音落地，一时间操场上静默下来，众人都用惊讶而复杂的目光打量着大放豪言的苏雾。他竟然要跟顾家断绝关系？他这是疯了吗？他不是喜欢顾言之吗？喜欢到不惜伤害颜校花？就算顾言之不喜欢他，起码他还有一层和顾家扯上关系的事，那便是救命之恩。可此刻他竟然连这层关系都不要了，没有顾家的庇佑，苏雾在盐城啥也不是。 还是说，这是他对顾延之欲擒故纵的把戏？顾延之脸色非常的难看，他没想到苏雾会对他说出这种话，当真要和顾家断绝任何往来？既然如此，那他便如他所愿。大家听着，从今日起，我们顾家和苏家断绝往来，从今往后，苏雾的事和我顾延之没有任何关系。顾延之冷漠道，随即退到一旁，高冷清傲。他倒要看看，接下来苏雾会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哼！第四十七章还原真相。如果说。 苏雾和顾言之关系断裂，就属谁最高兴？那人莫过于颜可清了。为了继续在所有人面前维持他善解人意的形象，颜可清装作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对着苏雾说道：“苏雾，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才和言之闹成这样，你累不累？”苏雾目光冷如冰霜的扫了颜可清一眼。什么？颜可清被问得一愣。你的演技真的很拙劣。颜可清，我警告过你，不要在我面前玩心机，要不然玩着玩着，小心把命玩完。苏雾声音冷酷，话里话外都充满了讽刺。 而且字字句句戳中严可卿的内心，这是他最后一次给严可卿一个忠告，再有下次他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严可卿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他只觉得苏雾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以往那个沉默寡言的他大不相同。他的眼底闪现出一抹怨恨，很快便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脸上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苏雾，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我，可你也不能诅咒我死啊！大家也都觉得苏雾太过分了，严可卿明明是在关心他，他却不识好歹的咒别人去死。 苏雾这人怎么这样，太过分了！抱抱我家颜校花，咱们不理这种恶毒的女人。九千四百九十四，看着苏雾就来气，装什么一脸清高？这年头真的是人至贱则无敌，他不觉得羞耻，我们都替他感到羞耻。在场的共分为三个队伍，一个是颜可清的粉丝，专门谴责苏雾的不是，占据大头；另一个是颜可清的黑粉，觉得他做作又很假惺惺，不支持他也不支持苏雾，保持中立；还有一部分就是苏雾的支持者，比如像十班那样的，由于苏雾和顾家撇清关系。 本来站在一旁生着闷气的顾言之，在听到苏雾竟然诅咒严可清死的时候，脸色骤然变得铁青起来。严可清是她见过最美丽、最善良、最纯洁的女孩，苏雾怎敢诅咒她死？顾言之愤怒的握紧拳头，怒视着苏雾：“苏雾，你简直是不可理喻，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苏雾反唇相讥道：“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你们就很配？”话音一落，没有耐心的他拿出手机操作一番，就将一段视频投放到操场讲台的大屏幕上，声音清冷，恍若寒冬腊月。 带着刺骨的寒意，今天我就把证据放在这里，大家慢慢欣赏吧。此时，大屏上播放着一段模糊的视频，一看视频是从监控调取出来的，虽然像素是模糊，却还是让人一眼看出，画面上正在争执的二人正是苏雾和严可清。大家亦能听清楚监控视频里他们二人的对话。当严可清看清楚视频上似曾相熟的画面时，整个人都惊呆了。怎么会？苏雾他怎么会有这段视频？明明明明他当时已经检查过四周是没有监控的。 那这段监控视频又是怎么出现在这里？严可清的脸色一点点的苍白，就连指甲掐入掌心里也浑然不知。不，这段视频不能播放出去，否则他努力经营已久的形象将毁于一旦。苏雾，你不等严可清把话说完，视频里已经传出了严可清不屑的声音。苏雾，识相的就赶紧离开格兰特林，给我离顾言之远点，否则我不介意用一切办法来将你赶走。我是不会离开的。视频里的苏雾正是原主。 原主之所以不愿意离开格兰特林，除了不想让父母伤心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顾言之。原主是喜欢顾言之的，可他的喜欢却换来顾言之的厌恶、冷漠、不屑。即便这样，原主还是一心爱慕他，就算在学校日日遭受到他人的霸凌，也没动过要离开格兰特林的想法，因为他一旦离开格兰特林，他就彻底再也见不到顾言之了。苏雾一想到原主这个恋爱脑，就感到非常头疼，真搞不明白顾言之有哪一点值得原主去喜欢的，帅不够傅宴慈帅，高不够傅宴慈高。 有钱不够，傅宴慈有钱，最重要的是眼光还特么的差劲，差也就算了，还眼瞎，识别不清严可清这朵演技拙劣的白莲花。视频仍在继续播放着，当看到严可清竟是自己假意摔下楼梯的一幕时，操场上响起了一阵吸气声。感情从头到尾大家都误会了苏雾，这一切都是严可清自导自演的戏码，只为栽赃陷害苏雾罢了。视频把当时的真相还原清楚后，大家都懵逼了一脸，尤其是严可清的粉丝。 更是不敢相信，往日温柔善良的女神会有这般恶毒的心思，居然设计陷害他人，害他们一直以为是苏雾推的她掉下楼梯。很快，现场响起一片议论声：“我的天，我们都被颜校花骗得好惨啊！原来她才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表面看上去清纯无害，实际上内心狠毒又阴暗。”呜，我女神的形象突然倒得一塌糊涂，妈妈，我要失恋了。我早就看出了颜可清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没想到心机会这么深。 让我们误会了苏雾这么久，就是嘛。突然觉得好对不起苏雾。一直以来，我听信他人言，以为苏雾心肠歹毒，没想到是被人诬陷的。要是他今日不拿出证据，估计推言可卿掉下楼梯的骂名会伴随着他一生。当然，也有一些颜可卿的脑残粉义无反顾的相信他。我相信颜校花绝对不会做出这么卑鄙龌龊的事。就算是他做的又怎样？他肯定是超级喜欢顾言之，才会出此下策。就是就是，颜校花美丽善良，要不是被苏雾逼成这样，他才不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顾言之看完视频后，同样无法接受这样大的落差。他一直以为严可清是他见过最好的女孩，但是现在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错了。难道他真的错了？真的看走眼了？听着大家对他不好的言论，看着顾言之那双失望、带着不可置信的眼神，眼看事情越发不受控制，严可清真的慌了。他心急如焚，只想阻止事态继续扩大。他强迫自己流下眼泪，装作楚楚可怜的模样，哽咽着开口：“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言之，你听我讲。” 我只是太在乎你了，生怕苏雾从我身边将你抢走，所以才会想到这种龌龊的事来栽赃陷害他。对不起，我真的错了，请大家能够原谅我。说着，颜可卿哭得更凶了，美人落泪，犹如梨花带雨，令人心碎，让人不忍心责备他，更是博得了不少男生的同情和怜惜。他还说，其实不瞒大家，我是对苏雾有怨恨的，我一直好声好气的和他说话，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冷漠我，我不甘心，我就想报复一下他而已。说到这里。 严可清几近哽咽的声音，透着浓烈的痛苦和无助。我已没脸继续待在格兰特林，既然大家不肯原谅我，那我愿意退学。第四十八章曹校长的精彩事迹。严可清伤心欲绝的模样落入大家眼中，都被他这一番话震惊到了。他作势就要离开，顾言之立马拉住了他的手腕，眸子里闪过心疼。对不起，可清，我相信你，你不要退学。顾言之带了个头，很快底下纷纷响起大家原谅严可清的声音。严校花，我原谅你，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你不用退学。 我也相信严校花，世人都是有脾气，谁让苏雾这一般对待严校花，她活该。严校花天下第一好，无人能敌的女神。颜可卿一听，看到大家依旧支持她，心下一喜，但面上仍旧故作委屈道：“谢谢你们大家能够原谅我。”说着，颜可清朝大家深深鞠了一个躬，态度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她的惺惺作态罢了，只为维持她女神形象。随即，她深情的看向顾言之，一副欲语还休、楚楚可怜的表情。言之。 你你真的能原谅我吗？嗯，这不全是你的错。”顾言之柔声道。苏雾冷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事，不得不说，颜可清还挺懂得用眼泪拿捏住男人的心。只可惜，这一招对男人有用，对于他，只能算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儿科伎俩。他从未想过，用一个视频就能让颜可清名声狼藉。他之所以找出这段视频公布于众，只是简单的想证明他的清白而已。曹校长眼见事情发展成这样，他眼眸眯了眯，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将苏雾赶出格兰特林。谁让他不为他所用？ 曹校长轻咳一声，开口道：“虽然这事不是苏雾的错，但论坛照片上的事，他也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人，立即将他赶出格兰特林。从此，苏雾不再是格兰特林的学生。”很快，在一旁等候的保安立即上前，意图要将苏雾带走，却被苏雾闪到一旁，不让他们碰到他一根毫毛。苏雾眼神犀利地落在曹校长身上，语带嘲讽：“曹校长这么急着赶我走，难不成你是怕了？被当众戳破心事？”曹校长脸色一沉，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确实是怕，毕竟苏雾很玄乎，他拥有一身黑客技术本领，要是被他找到有关于他的那些事迹，他这个校长不仅当到头，还会面临牢狱之灾，所以，他绝不能留苏雾继续待在格兰特林，影响他的前途。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转瞬，曹校长便恢复如初，语气镇定道：“苏雾，你胡说八道什么？废话少说，请你赶紧离开这儿。”哦，这样啊，苏雾把尾音拖得长长，嘴角勾勒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曹校长，我这里可是有确凿的证据。 指证你在校期间滥用职权、包庇学生作弊、侵犯他人的身体。苏武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沓照片，飞向操场上的全体师生面前，供他们观赏。很快，台下响起一道道震惊的声音：“我去，这不是苗小葵吗？他竟然被校长侵犯了！我就奇怪他怎么突然会退学，后面跳楼自杀。感情这个是我之前的化学老师，长得挺好看的。我一直想不明白他怎么突然离职，原来是撞破了校长的坏事，被校长封杀了。还有这张，没想到他收了这么多家长的贿赂，加起来都有上亿。” 听着底下一群人议论纷纷的震惊，苏雾一脸淡定的站着，像极了主导者。反观曹校长，脸色惨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睛里冒出火光，恨不得冲上前掐死苏雾，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没想到自己的一世英名竟栽在了这个苏雾手上，如今证据确凿，不管他怎么狡辩都无济于事。下一秒，曹校长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颤抖起来：“苏雾，你害我前途尽毁，名声狼藉，你以为你就很好过？” 你不过是一个万人骑的婊子，专门勾引老男人。这一下子，曹校长曹文军不装了，掀开伪装的面具，露出了狰狞丑陋的嘴脸，一脸阴狠的瞪着苏雾。他不好过，苏雾也别想好过。看着曹文军露出原本的真面目，在场的学生都惊呆了。他们本就不喜欢曹校长，以为他只是自私自利而已，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个卑鄙小人，背地里干了这么多的恶毒肮脏的事。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砰！一道清脆响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操场。 只见苏雾一脚将曹校长踢下讲台，狠厉道：“脑人还没瓜子大，你也配和我说话啊！”伴随着一道惨叫响起，整个操场内鸦雀无声，静得诡异。很快，整个操场都沸腾了。好帅！要不是他不自爱，我都要粉上苏雾了。确实很帅，那一脚踢得太爽了。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女孩，为了钱竟然出卖自己的肉体。曹文军被一脚踢下讲台，差点要了他这条老命。他顿时怒不可遏，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大吼：“我说的有错吗？” 你就是万人骑的婊子，你就是被我说中，恼羞成怒才打我。我告诉你，你不想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啪啪啪！突然，一道掌声由远及近的传来，众人循着掌声的方向望去，就见一名犹如天神般降临、帅得人神共愤的男人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他的身边正是站着论坛照片上苏雾勾搭的那个老男人，以及格兰特林的副校长宋鸿深。苏雾看到傅宴慈出现的那一刻，整个人微愣了一下，好奇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他跟格兰特林？ 也有业务往来。众人见此一幕，纷纷瞪圆了双眸。副校长带来的那位超级帅气的男人到底是谁？还有和苏雾勾搭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怎么也出现在这儿？不容大家多想，就见傅宴慈幽深的眸落在苏雾身上，一会后才转向被踢落讲台的曹文军，声音一如既往的冷茫：“我怎么不知道格兰特林有这种败类的校长存在？”男人的语气里带着浓烈的不满，令人忍不住浑身战栗。副校长感受到身旁男人散发的强大气场，整个人慌了神，道：“傅爷，您放心，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大家看着曹校长对身旁的男人如此恭敬，都猜想着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能让副校长害怕成这样。下一秒，副校长恶狠狠地瞪向曹文军，厉声斥骂道：“曹文军，我把格兰特林交到你手上，你就是这样如此对待的？亏你还有脸当这个校长，简直丢人现眼！当初他生病无力管理格兰特林，便将校长之位转让给曹文军来当，他就做一个副校长。曹文军向他保证过，一定会当好这个校长，带着格兰特林发扬光大。谁料到？” 他会干出这么多龌龊的事，是他看走眼了。曹文君，你作恶多端，我要撤回你的校长之位。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格兰特林的人。曹文君闻言，脸色骤变。他深知自己今日凶多吉少，这一切都要拜苏雾所赐。如果不是苏雾，他又怎会落得如今这副田地？他咬牙切齿的看向苏雾，呵，苏雾，你的老情人来找你了，怎么不上前巴结一下？他不好过，也要将苏雾拖下水。第四十九章，苏雾收获人心。听到曹文君提起苏雾的老情人。 大家纷纷将视线落到站在傅宴辞身旁的程叔身上，看来又有热闹可看了。很快，交头接耳的声音缓缓传进了傅宴辞和程叔的耳朵里，顿时就把程叔吓得够呛的。相比程叔的惊吓，某男就有些吃味了，凌厉的目光不善的盯着程叔，程叔被盯得脊背发凉，眼里愈发的喊冤，他欲哭无泪，真的要被这群学生给害死了。他们都是什么眼神啊？竟然说他和苏小姐有一腿，眼睛不要了可以捐，他们不想要命，他还想要呢。就在不久前。 他和傅爷已经知道了论坛上那条荒唐帖子的事。当时傅爷看到这条帖子时，脸色阴沉的能滴出墨水来，便火急火燎的赶来格兰特林，只为给苏小姐撑腰。傅宴慈的眼神实在是太害人了。程叔不敢有丝毫的耽搁，他干咳了两声，说：“嗨、哎，这个傅爷，您放心，我这就去解释清楚，还苏小姐一个清白。”随即转头对众人开口说道：“我怎么不知道，我们爷的救命恩人苏小姐什么时候跟我有一腿了？”程叔毕竟是傅宴慈身边的人。 身上的气场虽比不过傅宴慈，但也足以让众人不敢造次，噤若寒蝉了。继续扫视在场的众人，成熟冷吃，苏小姐是我们爷的救命恩人，我非常的敬重她。可你们却单凭一张照片就认为我跟苏小姐有一腿？格兰特林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这般自以为是、妄为自大的吗？很明显，照片是被人用刁钻的角度拍摄出来，才会有如此效果，从而造成如此大的误会。大家要是不信，大可看看当天校门口我和苏小姐的那段监控，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你们所说的那样。” 我和他有一腿。成叔的声音一字一顿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仿佛带着无穷的魔力，把大家都镇住了。在场的人听完成叔说的话后，全都低下了头，一个个陷入沉思之中，不敢再作声。成叔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苏雾这次估计又是被人陷害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苏雾造成了误会和伤害。还有些良知的同学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感到非常羞愧和抱歉，恨不得找一块豆腐撞死算了。他们实在是太冲动和被动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又冤枉了人家。 清白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何其重要！他们居然因为一张照片就将人家定罪，简直愚蠢至极。程叔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便不再理会场上心情各异的学生，转向傅宴慈恭敬地说道：“傅爷，用不用揪出拍这张照片的人？”男人眼眸深深，视线却落在讲台那孤傲的少女身上。不用，他会处理的。论坛上照片的事被澄清后，不少人都觉得有愧于苏雾。曹文君看到事情没有往他所想的方向去发展，整个人都不好了。怎么会这样？他原本还想抱着，既然他不好过。 苏雾也别想好过的想法，谁曾想事态竟朝着他有利的一面去发展，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为什么每次苏雾都能化险为夷？这让他十分的嫉妒，心中愤懑不平。曹文军打算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溜走，却被眼尖的苏雾一眼发现。他的眉毛挑一挑，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声音冷如寒霜：“曹文军，你觉得你还能逃得了吗？”话音刚落，就有两名警察从后方包抄而来，迅速的制服了曹文军。苏雾看着曹文军狼狈的模样，嘴角微微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 只是更深处一片冷意。警察准备将曹文军带走时，曹文军忽然想起什么，阴沉的脸上划过一抹恶毒，扭头朝着苏雾大放厥词：“苏雾，我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别以为每次你都能这么好运的逢凶化吉。”说完，他就被警察带走了。刚刚的一切发生的太快，大家都没注意到。想要偷偷溜走的曹文军，等他们反应过来后，就看到有两名警察突然冲了过来，开始抓人。他们不知苏雾何时报的警，只知道这次曹文军是栽了，还栽的彻底。 曹文军在格兰特林所有人眼中风评极其不好，他仗势欺人、欺软怕硬，为人阴辣、自私自利。是苏雾将他绳之于法，也算是替大家除掉一颗毒瘤，简直不要大快人心。一时间，结合今天发生的事来讲，大家都对苏雾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觉得他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那么不好。第一次，他帮社会解决掉了前城长何鹏毅这颗盐城最大的毒瘤，护卫了盐城百姓们的安全，同时还为格兰特林铲除了横行霸道、草菅人命的何楚生，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现在他又替大家铲除了校长曹文军这个大恶人，还格兰特林一片净土。大家开始对他心怀感激，更加觉得之前对苏雾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感到非常可耻。不少人心虚的低下头，暗叹自己太过狭隘和肤浅，为自己的无知和愚昧而羞愧。幸好一切都还来得及。苏雾，对不起！突然，场上响起一道洪亮的声音，紧接着一道接着一道的对不起源源不断的传入了苏雾的耳中。苏雾眉眼淡淡，内心毫无波动。 他们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他，而是原主，是被他们霸凌抑郁自杀而死的原主。听着一道比一道激昂的道歉声，严可清死死的咬着自己的下唇，连唇什么时候破了一层皮都毫不自知。又让苏雾躲过了一劫，躲过也就算了，众人对他也有了改观，这让他十分的气愤。他的想法跟曹文君一样，为什么苏雾总是那么好命，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再这样下去，以苏雾现在出色的容颜，他的校花之位岌岌可危。不过庆幸的是，校花不只看颜值，还要看成绩和才华。 在成绩和才华上，苏雾永远都比不上他的。想到这，颜可清又恢复了一只高傲的花孔雀。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并没有注意到顾延之落在苏雾身上那双复杂的眼神，包含了多种情绪。苏雾，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讲台上，苏雾突然收到一条手机短信，短信内容显示他是论坛照片的拍摄者和发布者，想和他见一面，并附上地点和时间。第五十章，不准揉我的天灵盖。苏雾看着手机上的这条短信，眼眸深深，看不出任何情绪。 拍他照片的人到底想干什么？想到这里，他眼眸闪过一丝隐晦，下一秒就把手机放回兜里，准备回班级队伍上去。刚跳下讲台，就听到副校长宋红生出声将他喊住：“苏雾同学，请留步。”各班级都已在陆陆续,续续回到自己的班上，唯有苏雾被宋红生喊住，一起去往他的办公室。跟着他的人还有傅宴慈。办公室内，宋红生非常抱歉的看向苏雾，说道：“苏雾同学，真的非常对不起，让你在格兰特林受了惊。你放心，学校不会亏待你的。” 你想要什么，尽管提，只要是我能办到的，都会尽量给你完成。说着，宋鸿生不由打量起苏雾，好奇他和傅宴慈这尊大佛究竟是什么关系。本来他还在外地参加了一场学术研讨会，谁曾想一通电话就将他带回了盐城，这么火急火燎的，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谁能料到，当他完全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颇为震惊。感情傅爷这个燕京太子爷这么急着把他喊回去，是因为他们学校里的一个女同学苏雾。不过，如果这次不回来， 那他也不会知道，格兰特林竟在曹文军的管理下出了这么多的糟心事，怪他眼光不行，信错了人。听到宋鸿生说要补偿他，苏雾抿了抿唇，将目光投在傅宴慈身上，接收到他投递的目光，傅宴慈心领神会的点头。见此，苏雾也不矫情了，直接说出心中一直想要的：“宋校长，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我想要参加国际奥数竞赛，毕竟这是系统未完成的任务之一。”闻言，傅宴慈立马转头看向语出惊人的他，而后竟无奈一笑。 正准备冲茶招待贵客的宋鸿生，在听到苏雾的要求后，整个人都惊呆了，手中的茶杯何时掉落在桌上都浑然未觉。他惊愕的看向苏雾，仿佛听到了这辈子最不可思议的事。他，他是在开玩笑吗？虽然他将格兰特林交给了曹文军管理，但并不代表他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一概不知。谁的成绩最好，谁的成绩最差，他还是比较清楚的。据他所知，苏雾常年倒数，眼下他竟然说要去参加国际奥数竞赛。 可怜他的心脏，差点吓得心脏病发，想直接回绝，又想起他和傅爷关系匪浅，要是惹得苏雾不悦，相当于惹恼了傅爷。可要是不回绝吧，真让苏雾去参加那竞赛，丢脸丢到姥姥家，影响格兰特林声誉是小，影响国家脸面才是事大。宋鸿生纠结万分，苏雾看出了他的异样，似乎真被他的话给吓到了。他抿了抿唇角，也没为难他，便说：“宋校长，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您看这样行不行？只要这次月考我能考出全年级第一，你就批准我。” 参加国际奥数竞赛。宋鸿生刚捡起桌面上的茶杯，在听到苏雾刚刚的话后，茶杯再一次又又又摔了。也不知这茶杯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这么精摔。他一边抹额头上莫须有的汗，一边苦逼的看向苏雾，欲哭无泪。苏雾同学，你你还挺爱开玩笑的。别说是全年级第一这么高难度了，只要他数学能考到全年级前五，他都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此次竞赛。宋校长，我这人一向不爱开玩笑，更不会空口说白话。只要您答应我，我便能做到。苏雾认真的看着宋鸿生。 身上散发的凛冽自信，让宋鸿生不禁吞咽了一下口水。他被苏雾身上的自信震得半天都缓不过劲儿，他嘴角抽搐，心道：“苏雾同学，你真的一点都不会开玩笑啊！”但答应他也无妨，反正他说的是只要他年级月考考到第一，他才答应让他参加国际奥数竞赛。要是考不到，只能说他和竞赛无缘，不是吗？好，本校长答应你。宋鸿生像只狡黠的狐狸一般笑得奸诈，却不知苏雾才是那只最狡猾的狐狸。见他们二人把事情谈妥。 傅宴慈轻咳一声，眼神扫向宋鸿生。宋鸿生被他看得一头雾水，以为他是渴了，连忙将泡好的茶水递到他面前，恭敬的笑着道：“傅爷，请喝茶。”同时也递给了苏雾一杯茶水。瞧着宋鸿生一副殷勤的态度，傅宴慈额头滑下三条黑线。他是猪吗？这么明显，让他滚的眼神都看不出来。傅宴慈一脸嫌弃的看着宋鸿生，本想给他留点面子，让他识相点。现在看来，这面子也没必要留给他了。宋鸿生，你可以走了。 刚抿上一口武当山最正宗的绿茶，就听见傅宴慈冰冷不悦的声音从头顶飘来。宋洪生端着茶杯的手一僵。傅爷，宋洪生一脸懵逼的看向傅宴慈，滚！傅宴慈冷喝一声。宋洪生闻言，急忙退出了他的办公室，砰的一声，并将门带上。躲在门后的宋洪生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傅宴慈原来是想和苏雾拥有独处的空间，可偏偏他一根筋，看不出他的意思。此时，宋洪生的办公室内，看着宋洪深落荒而逃的样子，苏雾不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这宋鸿生比那曹文君有眼力见多了，虽然和他只短暂的相处过，但能够看出他的品性比那曹文君好太多，是块适合当校长的料。吾儿，我有件事想要和你说。见室内只剩他们二人，傅宴慈率先开口打破宁静：“我也有事要跟你说。”苏雾抬眸看向傅宴慈，眸中闪过笑意：“你先说。”看着一脸笑意的女孩，傅宴慈心头微软，这辈子他恐怕对他家兀的笑容无法抵抗得住。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他是真的想跟傅宴慈说谢谢。 谢他将程叔带来，帮他澄清真相。虽然程叔就算不来，他也能替自己洗清冤屈。男人眸底深深，他忍不住伸手揉了揉苏雾的一头乌发，一脸宠溺：“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见傅宴慈揉他头发，苏雾正愣了一瞬，随即回过神，一脸微怒道：“不准揉我的天灵盖！在修真界，天灵盖是修真者的禁忌，一不小心随时都会要了性命。要不是看在揉他天灵盖的人是傅宴慈，换做其他人，早就被他一掌拍飞了，哪还有命活到现在？”第五十一章关出里约，苏雾道歉。 听着苏雾的话，看着他一脸微怒又可爱的样子，傅宴词有些忍俊不禁。不愧是学医的人，别人都是叫脑袋，他倒好叫天灵盖这么专业的名词。傅宴词讪讪收回手，唇角扬起丝丝笑意。他的脑袋摸起来手感真好，心里却想着下次还要再摸。苏雾不知道傅宴词心中的想法，见他收回手，嘴里嘟囔了一句：“你刚才想要对我说什么？”男人带笑的嘴角渐渐凝固，神情瞬间变得暗淡了几分，绷得紧紧的薄唇抿成了一根直线，似乎在隐忍着。 某种离别的痛苦。雾儿，我要走了，燕京有事等着我去处理。慢则一个星期，多则一个月，亦有可能。他不想回燕京，回燕京也就意味着见苏雾的次数少之又少，又怎么和他发展关系，将他追到手？富氏集团总部在燕京，富氏集团离不开他的坐镇，可想而知，要是他长期不在总部坐镇，内部难免会出现动乱，股东们也会拿这事去烦他家老头子。他家老头子身子骨不好，需要静养。他不想因为集团的事而烦他的心，况且。 集团还有许多要事需要等着他去处理，即便他不想回去，也不可行。傅宴慈转念一想，一想到他回了燕京，苏雾的身边极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男人，万一那个男人将取代他在苏雾身边的位置，他该如何是好？他不想失去苏雾，也绝不允许其他男人从他身边抢走他。思至此，男人猛地抬头看向对面的娇媚动人的女孩雾儿：“你能不能答应我，大学考进燕京的清北学府？清北学府乃华国顶级高校，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能考进清北学府的学生，不仅仅意味着成绩优异、实力与智商并存，更意味着未来前途无量。只要苏雾考进了清北学府，那他就能和他待在同一个城市，再也不用分隔两地，担忧他被人抢走了。听到傅宴慈要走时，苏雾面目表情，毕竟又不是终生不见，人家只是有工作处理而已。在听到傅宴慈让他考上清北学府后，苏雾的脸上闪过一阵疑惑：他为什么要让他考清北学府？虽然他已经决定考清北学府，傅宴慈，你有点怪，怎么一定要让我考上清北？ 苏雾的话噎得傅宴慈语塞，他总不能告诉他，他想日日见他，把他留在身边，才让他考进清北学府的吧？傅宴慈沉默半晌，便随意编织了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是朋友啊，作为你的朋友，定要为你考虑着想。现在先以朋友的身份处着，等过些时日，他就要转正，从朋友变成男朋友。”苏雾丝毫没有怀疑傅宴慈话里的真实性。不知道为何，他们二人相识的日子不长，可他对傅宴慈是百分百信任的。见他确实是在为他考虑，苏雾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 得到肯定的回答，傅宴慈笑了，发自内心的笑。傅宴慈离开后，苏雾回到十班，热烈的掌声瞬间传遍整个教室。只见大家都在为苏雾热烈的鼓掌，因为苏雾不仅洗清了冤屈，还赶走了曹文军这颗毒瘤，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大家决定把零用钱都凑在一起，做主周末出去庆祝一下。苏雾也欣欣然的答应了。沈老师，您也来吧，跟我们一起高兴高兴。班上有同学开口，都期待着沈淑英能过来。一直以来，所有人都不看好十班。 只有沈老师对他们不离不弃，谁都可以不来，但沈老师必须得来。讲台上，沈淑英看着十班众人的变化，心中甚是欣慰。以前，十班放纵爱玩，不喜欢学习，但他并未动过想放弃他们的念头。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会成熟的。本以为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教育，没想到苏雾一来十班，这群小可爱竟一下子都改掉了坏毛病，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变得爱学习起来。这一切都是苏雾的功劳，苏雾简直就是十班的福星。 沈淑英点点头，笑得温柔，格外好看。我不止要来，我还要请大家吃饭。他们都是学生，虽然家庭环境不错，但他知道他们的零花钱没有多少，所以他是不会让他们付钱的。众人见沈老师不仅愿意参加这一次的庆祝会，还自掏腰包请他们，顿时兴奋不已，一个个马屁精开始上线。沈老师超好，宇宙无敌第一好；沈老师最美，天下无敌第一美；沈老师好看，十班女神就属她。听着十班众人吹着一个个彩虹屁，沈淑英笑得愈发灿烂迷人。 只差没摇尾巴了。放学，苏雾明显能感觉到大家看他目光时的变化，有歉意，有内疚，当然嫌弃和嘲讽的也有。苏雾都没去理会，他目不斜视的走出校门，就见到程叔等在了校门口不远处。傅宴慈离开前告诉过他，程叔做他的司机，每日接送他上学放学的事。一开始，苏雾是不同意的，但傅宴慈执意如此，他拗不过他，便答应了下来。前提是不能停在校门口，这么大摇大摆的引人关注，他可不想又引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 苏雾上了车，就让程叔搭他去一个地方。他没有忘记论坛照片的拍摄者约他的事。来到指定的地点，是一个咖啡店。苏雾推门进入咖啡店里，人不多。苏雾环顾四周一圈，就判断坐在靠窗位置上的那名少年就是论坛照片的拍摄者。他冷眸微眯，淡定地走到他的位置前坐下，说：“吧，找我什么事？”正写着作业的少年听到苏雾悦耳的声音后，连忙从一堆作业里抬起头，错愕地看向他，只愣了半晌。他将桌上的作业收起来，并没有急着回答苏雾的问题。 而是笑着说道：“苏同学，你要喝什么？我请客。”苏雾淡淡的看向眼前长相颇为帅气、阳光的男孩，眉眼间闪过一丝不耐。白开水。少年招来服务员，给苏雾安排上了一杯白开水。似乎瞧出苏雾有些不耐烦，他也直接进入了正题：“你好，苏同学，我叫关初礼，今日约你过来，其实是想跟你认真道歉。”说着，他看向苏雾，见他表情没任何变化，心里也拿不定主意他，他会不会原谅他？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为了弥补我的过错。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做坏事，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关初里说这话的时候很是认真，态度非常诚恳，没有一丝虚伪。苏雾挑了挑眉，当真做什么都可以。第五十二章，苏雾刷粉了。苏雾看着关初里，对他这个人还是有些了解的。原主的记忆里，关初里在格兰特林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喜欢摄影，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摄影比赛，得到过不少大奖。苏雾有一个想法，随着这个想法愈发强烈，他忽的勾唇轻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初里。 就是那股东风，关初礼坚定地点点头。毕竟我在没有了解事情的经过前就拍下那张容易让人误会的照片，是我的不对。我犯下的错误，自然要来承担责任。希望苏同学能够给予我一个机会救赎。当时他站的那个位置非常巧合，从他那个角度看过去，看到的就是苏雾和那个中年男人姿势暧昧的在说话。他一向看不惯不自爱的女生，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所以当时脑子像是抽了一样，就想着拍下照片并发到论坛上，谴责他的所作所为。没成想。 竟闹出了这么大的误会，关初礼已经深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以后会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再随便冤枉他人。既然如此，那你便当我几天的摄影师吧。”苏雾淡淡开口。什么？听到苏雾这么简单的要求后，关初礼都惊呆了。他还以为苏雾会想着让他赔偿精神损失费、污蔑费等等呢。毕竟他家不是很穷吗？应该超级缺钱才是。可他万万没料到，他竟提了一个这么简单的要求，只让他当他几天的摄影师。关初礼有些想不明白：“苏同学，你提的这条件太简单了。” 你是想拍个人艺术照吗？如果是，我免费帮你拍。你可以重新提一个难一点的条件，比如赔偿你什么的。他是真心想帮苏武，苏武家里穷，全校皆知，穿的衣服都是地摊货。他想给他些钱，让他能吃好点、穿好点。虽然钱不多，但起码能让他过段好一些的生活。苏武无语的看着关初礼，别人恨不得不用赔钱，他倒好，反过来劝他要钱，真是一个奇葩的男生。我不用赔钱，你只需要当我几天摄影师，我们的误会就能一笔勾销。苏武一本正经的说道，语气坚决。 关处里皱了皱眉，见苏雾态度坚决，也不再多说什么。下一秒，点头应道：“好，我答应你。不知苏同学需要我怎么做？”苏雾笑了笑，他拿出手机，打开抖快 App，粉丝栏目上已经涨有一百万的粉，但距离千万粉丝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系统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要在这几天时间里涨到一千万粉丝，才算是完成任务。此番他答应来见关处里，是看中了他的摄影技术，王者闪耀玩家人数庞大。 他想利用关初理给他拍下游戏操作的视频，上传到抖快，相信涨粉速度会直线上升。这般想着，苏雾告诉了关初理他的想法和计划。当关初理听到苏雾要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将抖快账号涨粉到一千万时，只觉他是疯了不成？哪有人能做到几天时间就涨粉到千万呢？他的头突突的跳着，狠狠咽了一口口水，问苏小姐：“你的抖快账号什么时候建的？”苏雾如实回应：“哦，昨天。”关初理，什么？昨昨日才创建的号？”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他哪来的脸就想用一个新账号利用几天时间涨粉到千万？当然，这想法他只敢在心里诉苦，不敢当着苏雾的面说出来。关处里叹了一声大气，不想打击苏雾，只能委婉的说：“苏小姐，抖快的推荐机制很变态的，而且你是新账号，想要快速涨粉千万很难，除非你是大网红或者大明星，才有机会快速涨粉。”苏雾把关处里的话听进心里，他想了想，就说：“我不是大网红，也不是大明星。” 昨日新建的号，今日涨粉已有一百万。什么？关初里惊得站了起来，椅子发出刺耳的吱啦声，频频惹来店里众人的头望。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后，关初里微微红了脸颊，压抑住内心的卧槽，然后把头悄悄凑到苏雾面前，小声低语：“苏同学，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刷粉丝了？”不怪他这么怀疑，毕竟苏雾不是网红，也不是明星，才创建一天的账号就涨粉一百万，这怎么可能？除非刷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刷一百万的粉丝得花多少钱啊？ 苏雾不是穷苦家庭的孩子吗？哪儿来的钱？以为苏雾刷粉丝的关初礼，却见苏雾摇了摇头。下一秒，声音淡漠的响起：“不是刷粉，都是真粉，真真粉。”他读书少，别骗他。苏雾抿了抿唇，下一刻就把自己的账号主页放到关初礼面前，让他看。当关初礼看到苏雾账号主页的名字是“恶言女帝”后，眉头瞬间一皱。这名字是认真的？好中二的名字。苏雾看起来也不像是中二少女啊，怎会起这种名字？不过这名字好生眼熟。 似乎在哪听过，而且他的主页里空空如也，一条作品都没有。苏雾是怎么涨粉到一百万呢？关初里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虑。苏同学，不知你想让我拍什么内容？你又是如何这么快涨粉到一百万的？苏雾并没有回答关初里的问题，而是问他：“你带了设备没有？”啊，呃，带了。支棱起来，准备拍摄视频。苏雾淡淡的发号施令：“啊，好。”一脸蒙圈的关初里连忙拿出他的宝贝相机，打开准备给苏雾拍摄。他万分好奇苏雾会让他拍摄什么内容。 当苏雾点开王者闪耀的游戏时，他内心淡淡哦了一声，原来是想让他拍摄关于他玩游戏的操作，这简单。直到苏雾打开到游戏页面后，关初里不看还好，这一看差点惊掉他的下巴。那晚一米八十五、腹黑学长的直播内容毫无预兆的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终于记起来了，怪不得恶言女帝这个名字这么眼熟，感情是恶言女帝就是那天晚上腹黑学长匹配到的大神，大神就是苏雾，苏雾就是恶言女帝。得知这惊人的消息后，后知后觉的关初里终于明白。 为何苏雾新建账号不到一天就能涨粉这么多了？呜呜、哦，哦、他仍旧记得那晚他还吐槽过恶言女帝，可在见识到他的厉害后，立刻黑转粉了。他还说，要是恶言女帝真是个女的，他就要娶她当老婆。